他们是娱乐圈公认顶流恩爱夫妻，但结婚两年却从未见过一面，影视方面更是无合作无同框，基本都是工作在各自的档期，这也成了温丽每次出席活动最大的难题，因为每个主持人都会将她老公宋焰作为话题，所以她每次都是尴尬的回应。而今天她又接到了一档夫妻综的邀请，身为死对头的郑雪璇即嘲讽她不敢去，圈子里谁不知道你们是协议夫妻，难道你想厚着脸皮去唱独角戏吗？在死对头面前，温丽怎能甘拜下风，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说自己一定去。而另一边，宋焰刚拍完一条大片戏码，紧接着便习惯性的戴上他的婚戒，手机上的一条消息让他十分心急，旋即便拒绝了导演的晚饭邀请，因为再不回去他的老婆就要跑路了。而刚刚出席完活动的温丽瘫坐在车上，现在网络上对他们上夫妻综的呼声很高，而深知自己婚姻状况的他却骑虎难下。由于这个家常年都是自己独居，刚进门便脱下束缚自己的黑色长裙，却浑然不知家中已经多了一个男人，然后就这样光溜溜的走到了宋焰的面前。而宋焰显然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身体看许久，缓过神的宋焰先是用纸假装挡住眼睛，然后一声哦，吓得温丽直接懵逼，双手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身体，整个人瞬间从天灵盖红到脚后跟，然后一句没什么语文水平的我操，差点震动整个小区。对面的宋焰却是一脸的调侃，看来我回来的很是时候啊，说完便一把拽过温丽的手臂，撑过一条毛毯裹住温丽光溜溜的身体，再看温丽羞涩的表情中带着一丝怒气，你不是在拍戏吗？杀青了吗？宋焰没有回答问题，而是一步步把他壁咚到墙上，虽然这个时候问有些不解风情，不过温老师，我们的协议还没有到期，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做些夫妻间该做的事情？赤裸裸的出现在协议老公面前，他会怎么样？不要啊，我们不是假的吗？这边的横店拍摄基地，影帝宋焰刚帅气的完成一场爆破戏，导演喊 cut 后，他习惯性的将婚戒戴上无名指，看着手机上关于自己妻子温丽的热搜，他和大家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有事要回趟家。导演追问，家里出什么事了吗？宋焰说，再不回去老婆就要跑路了，一波甜腻的狗粮撒给了大家。这边内娱流量天花板，当红一线小花温丽一身紫色琉璃裙蜿蜒设计，将她的好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走下红毯，因和自己的死敌郑雪较劲，说自己会参加夫妻档综艺，回去的路上内心自我检讨，不应该嘴硬逞强，自己好像给宋老师惹麻烦了。回到家，身心俱疲的温丽脱下高跟鞋，脱下束缚的修身礼服，总算可以轻松的呼吸了，准备美美的洗个热水澡，可是刚打开房门，就听见久违了的温柔磁性声音，你回来了。温丽一惊，她怎么回来了？这时宋焰才转过头看他，没想到看到的是这么劲爆的场景。温丽的身材凹凸有致，皮肤白皙，吹弹可破，两人四目相对，温丽用手捂着自己的重要部位，脸红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而宋焰却是拿着文件遮住自己的嘴，轻浮的感叹一声，两人的动作都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欲盖弥彰，大家想想还有什么词形容，评论区我们探讨下。女人在外性感妖娆婀娜多姿，回家后脱掉提升魅力的高跟鞋，脱掉展示傲人身材的晚礼服，脱掉贴身所有的衣物，葛优瘫窝在沙发里才是最放松的时刻。此时的温丽正和老公宋焰四目相对，惊恐地问道，你怎么突然回来了？然后转身就要逃，可是宋焰已经起身抓住了他的手，我回来的时间不是刚刚好吗？一手扯过毛毯把温丽包裹得严严实实，温丽气鼓鼓地问道，你不是在拍戏吗？杀青了吗？没有，请假了。宋焰回答，壁咚道，回趟自己的家很意外吗？随后更是将脸贴了过去，虽然这时候问有些不解风情，不过这个是怎么回事？温老师，我们协议还没到期吧？看着有些心虚又秀色可餐的温丽，宋焰就想一清方泽，他慢慢靠近，马上就有进一步动作时，只听咕噜一声，两人都是一愣，温丽捂着小脸，这几天为了走红毯都没怎么好好吃饭，遂一阵风似的跑去洗手间，说我先洗个澡，砰的关上浴室的门，随后传来哗哗的水声，温丽也在想要如何和宋焰开口，可是今晚的三连击令他赌气答应参加夫妻档综艺《人间有你》，主持人的猎奇心理，郑雪的咄咄逼人和众多影迷的支持和期待，还有就是娱乐圈都在疯传他们是协议夫妻，因为他们没有影视合作，没有综艺同框，连社交软件互动都极少，最最关键疯传的信息是真的。女人在外性感妖娆婀娜多姿，回到家的她清纯娇羞可爱，此时影帝宋焰正在翘首以待，翻看今日热搜上美得不可方物的温丽，她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她的心，每一条关于她的热搜她都疯狂点赞中。此时温丽沐浴完毕，为施粉黛的她更是为清纯家人，宋焰目不斜视，一步步地向她走来，温丽退躲，难道她想，只见宋焰伸手拿过毛巾帮她擦起湿漉漉的头发，温丽局促不安羞红了脸，原来是自己想多了。宋焰开口问道，
温老师，听说你想参加《人间有你》，要不离婚的事再等等。这时温丽才想起正事，叹了口气，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刚想说我让公关团队去澄清，就被宋燕的可以去打断了他的话。温丽疑惑道。宋燕说他们团队也联系我了。宋燕的话让温丽一扫今晚的阴霾，遂问宋老师能问问为什么吗？只见宋燕转过身去，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谁会和钱过不去呢？跟在身后的温丽内心无比雀跃，说道，其实那个协议我就是打个草稿，你说缓缓就缓缓吧。对了宋老师，我们再聊聊。面对凑上来的温丽，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诱惑，宋燕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因为他已经忍了很久了。只见宋燕一手搂住他的腰，一手顺着他的颈部环抱住他的肩膀，嘴直接附上了他的樱桃小口，随即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小故事。当红一线小花陷入三角桃色纠纷，霎时成了娱乐圈活靶子，直到白月光的出现救赎了他。次日清晨醒来的温丽看着站在阳台上的宋燕，虽然是协议夫妻，但是协议里并没有注明不能一起睡觉。回想起昨日的一夜缠绵，是啊，面对帅气十足又温柔无比的宋燕，试问谁能把持得住？温丽慵懒地躺在床上，随手拿起手机告诉经纪人丹姐，人间有你，我和宋燕接了。丹姐兴奋地就要从屏幕里蹦出来拥抱温丽，她说昨天郑雪还让营销号造谣，冷嘲热讽说宋燕根本就不会陪你去，这下我连水军都不用买了，坐等官宣，哈哈。提到郑雪，温丽回想起和她的恩怨，影视圈一线小花就那么几位，大家明争暗斗是常有的事，而她和郑雪就属于给对方造谣都不掖着藏着，因为恩怨都搬到明面上了。他们矛盾的导火索就是郑雪的老公陆明。两年前温丽和陆明合作某偶像剧，为了配合宣传，影视公司以名利夫妇炒 CP， 此剧爆火，就当宣传期结束要解绑 CP 时，郑雪和陆明却官宣了，一时间舆论哗然，把温丽推上了风口浪尖，说她明知道人家有女朋友还当小三炒 CP， 网络黑粉造谣，口诛笔伐，温丽成了娱乐圈活靶子。直到白月光宋燕的出现，他们火速公布恋情并官宣，顶流的结合才止住了舆论对温丽的恶意谩骂。温丽对宋燕的出手相救是感恩的，但是她也很费解，当年宋老师为什么要帮她呢？温丽被造谣成了娱乐圈活靶子，直到宋燕和她公布恋情并官宣才救赎了她，但是温丽一直都未曾问出口宋老师当年为何要帮她。转头看下宋老师，宋燕也在直勾勾看着她，看她转过来，宋燕微微一笑，温丽一愣，才发觉得自己衣衫不整，迅速坐起开始整理衣服。而在宋燕眼中，他就像一直等待爱抚的小喵咪。这边人间有你节目组，郑雪经纪人猛地一拍桌子问道，你说代言给谁了？节目组怯生生地说，冠名方表示他们的代言已经确定给观众投票第一的温丽和宋燕老师了。郑雪当场僵住，怎么可能，温丽明明知道我和陆明要去参加的，气得郑雪直接暴走，随即打通陆明的电话，讥讽道，老公你魅力真大，当年害得温丽被骂了大半年，现在还要上赶着参加节目缠着你。此时陆明才听懂，遂问温丽要上这个节目吗？郑雪听他这么问更是气急，说道，陆明我告诉你，节目录制你最好配合我点，要是让人看出来当年是你不愿意解绑 CP， 你动了想和温丽假戏真做的心思，你就等着被骂死吧。陆明不愿意和郑雪争吵，只回了一句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郑雪走到窗口，想缓和下自己内心的焦躁，可是一抬眼就看到温丽代言的珠宝海报宣传，郑雪看着偌大的海报就像要包裹住她整个的世界，愤恨道，温丽凭什么你能在吸引陆明后还得到宋燕的青睐，到底凭什么？温丽和宋燕一夜温存后，决定协议关系继续一同参加夫妻档综艺。随后人间有你官微就发布了温丽和宋燕严厉夫妇合体宣传照，粉丝们都很是期待，表示这比过年都让人兴奋。温丽看着官微图片也觉得很不错，一旁助理提示，丽姐今天节目组就开始跟拍素材了，家里也装了摄像机。温丽看着镜子中自己完美的脸庞，完全没走心的回答一句，知道了。不多时摄制组开始跟拍，温丽在镜头前美美的和大家打着招呼。这时助理递过来一个工作餐，原本温丽还兴致勃勃满脸期待，打开食盒温丽的脸立马垮了下来，里面除了青菜还是青菜，这是喂小兔子的吗？看着温丽突然脸色不好，摄制组谢导问，温老师是想宋老师了吗？温丽没好气地说，谁想他了？助理突然提示般的停磕几声，温丽才想起这是录制节目呢，赶紧找补道，也不是不想，一点点哦。谢导接着问，那温老师，我们第一期的主题是惊喜，你想要什么样的惊喜呢？温丽拿筷子的手一顿，惊喜吗？毕竟是协议关系，也不好拿什么标准去要求。语出惊人地说，他活着，就算惊喜吧。突然世界都安静了。你想要的惊喜是什么？温丽语出惊人地说，他活着就算惊喜，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温丽心想，是我说的太假了吗？只看谢导和助理一脸艳羡，
温老师，你也太会说了，甜到骨子里了。温丽顿感莫名其妙，人间有你官微随即发布，你活着就是最大的惊喜，立马冲上某博热搜第一。温丽抿嘴一笑，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助理一旁加油打气，不愧是丽姐，一句话就把他们花钱的热搜压了下去。不过又想到明天直播，担心说道，明天宋老师不在，丽姐一定要 hold 住啊。温丽也满脸黑线，那到时候可是太尴尬了。温丽走下电梯，助理又提示，丽姐回家注意摄像头啊。温丽满脑子都是明天直播，宋老师不在，他至少也得在结束前回来救场啊。温丽一边思索一边打开房门，就和拿着行李箱要出门的宋燕四目相对。温丽一把抢过箱子，怒声问道，宋老师，你明天晚上真打算让我一个人直播啊？宋燕表示很抱歉，临时有个通告，实在赶不回来。温丽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可是内心已经把宋燕骂了上千遍了。而这时的摄像头也记录了僵持住的两人。镜头前的编导看到这个场景，这第一期的主题惊喜不会变成惊吓吧？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尴尬，宋燕软声说，其实要想赶回来也不是不可以。温丽一听这事还能商量，瞬间满怀期待地看向宋燕。宋燕接着说，只要温老师能对我撒个娇。温丽霎时满脸通红，他怎么会提这样的条件？就当编导觉得这事有所缓和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箱子摔了出去。温丽憋红着脸说道，你休想。粉丝们为了支持温丽起着五花八门的网名，可是只有一个名字能让我们的当红小花羞红了脸。温丽马上就要自己独自面对夫妻档综艺首秀直播，她内心安抚自己，没男人我自己照样可以的。调整好状态，开启直播模式，一上线就有40多万的观众奔涌至直播间。温丽甜美的和大家打着招呼，首次直播的温丽想要看清观众的实时互动，碎忽闪着的大眼睛不断贴近屏幕，那吹弹可破的白皙皮肤，精致的脸庞，直接让屏幕前的观众心脏麻痹。关键是她太漂亮了，互动区直接炸开，有网友直接喊妈妈，这个女人用脸杀我，吓得温丽慌忙摆手，直直向后退去。经纪人丹姐微信发来提示，记得感谢粉丝刷出的礼物哦。温丽开始卖力的向大家表示感谢，并且幽默的回复，感谢三丽，你是妈妈的好宝贝的一百个潜艇，谢谢妈妈，我有钱花，不用破费了，谢谢，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三丽的亲老公，送的50个摩天大楼，重婚是犯法的哦。真是抵挡不住严厉粉的热情，俏皮可爱的互动，霎时刷礼物的和留言的粉丝更多了。突然温丽不动了，也不说话了，只是脸瞬间越来越红了。粉丝一度以为是不是自己网卡了，直到看见一个叫三丽美人一晚几次的粉丝不断刷来礼物。粉丝互动区热闹了，这也是你该知道的事吗？你看你三丽脸都红了，你这名字也真是太棒了。温丽掐着纤细的小腰气鼓鼓地说，不屑礼物了，别再送了，你们就是送破产我也不屑了。事实丹姐的微信又过来了，你又上热搜榜一了。娱乐圈的当红一线小花温丽直播自嗨，放着音乐，带着粉丝来了一场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大型蹦迪现场。温丽的直播首秀还在继续，为了在直播结束前赶回去给温丽撑场面，宋燕提前结束行程，刚下飞机就看见微博一个叫严丽塑料夫妻情的热门话题，嘲笑夫妻综艺成了个人秀，质疑严丽粉，还直指温丽自己花钱上热搜。宋燕随即发表评论，已经在赶回家接受温老师批评的路上了。这边温丽开始直播卸妆，由于眼妆不太好卸，需要敷一会儿。为了避免直播间冷场，温丽喊小度放一首嗨一点的音乐，嗨曲是真嗨，音乐一响给温丽吓得一激灵，温丽开始闭着眼睛随着律动的音乐开始摇摆，想到此时的宋燕还不知道在哪潇洒，温丽更是放飞自我，最后感觉有点如痴如醉了呢。宋燕打开房门，本想给温丽一个惊喜，可是客厅没有人，反倒是卧室传来一阵摇滚的歌曲声。宋燕顺着声音推开卧室的门，看到这个场景直接愣住，这还真是多才多艺的温老师。只见温丽太过投入，跳得正是尽兴，直播间里粉丝风起云涌的提示，三丽你清醒点，你的美人老公站门口笑了半分钟了。宋燕帅气的依靠在门边，欣赏着温丽的舞姿。温丽卸掉眼妆再看屏幕时，瞳孔一下子就放大了，转头看向门口，瞬间石化。宋燕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只听温丽惊吓过度直接喊了出来，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娱乐圈的当红一线小花温丽放着音乐，带着几千万粉丝直播蹦迪，却因宋燕提前回家惊喜变惊吓后，温丽就此上演大型双标现场。直播已结束，热搜直接被这对协议夫妻占了前五。此时的温丽把自己缩成一只鸵鸟，回想自己刚才失控的舞姿，完全不知道现在要以什么形象来面对宋燕。宋燕却一脸好笑，刚才不是还很活泼可爱吗？于是凑上前去温声说道，回房睡。可是温丽都没睁开眼睛看他，直接翻过身，后背朝向他怄气般说，今晚我就是这里了。宋燕坐在他旁边柔声问，是刚刚跳太长时间累到了吗？温丽觉得自己好像被嘲笑了，大声喊了一声，你。宋燕挑眉接过他的话，我什么？怎么我回来还让你不高兴了吗？温丽红着脸吼道，我是因为你回来不高兴吗？我是因为你回来都没提前告诉我，害得我那么丢脸。
宋燕不懂了，在几千万观众面前，你都不担心丢脸，怎么对我就换了套标准呢？温丽才缓过神来，啊，是吗？那是我双标了，只看宋燕煞有其事的点点头。温丽整理下思绪，回到房间，拿着手机掩饰着，却问出了心里的疑问：“宋老师，你不是赶通告吗？怎么回来了？”转头跟他说：“其实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宋燕说：“是啊，凭借一己之力就占了5个热搜，温老师真是厉害。” 温丽飘飘然，享受着宋燕的夸赞。你都知道，那你还敢回来干嘛？宋燕一怔，有点失望。你不希望我回来吗？温丽有点心虚，又有点嘴硬。穗转过脸去说道：“不希望，你要忙就忙你的，我自己都可以搞定。”宋燕叹了口气，不再接话，瞬间房间内静悄悄的。温丽等了半天也不见宋燕说话，穗转过身问道：“你睡了吗？没想到宋燕离自己这么近，两人四目相对，关键是宋燕长得也太帅了。”温丽好像又要迷失在他深邃的眼眸里。 孤僻、高傲、冷艳、尊贵、漂亮的脸，清澈的瞳孔，毛茸茸又柔软的身体，还有喵喵的奶叫声，在宋燕眼中，温丽就是一只小奶猫。灯光灰暗，温丽好像又要迷失在宋燕深邃的眼眸里。霎时红了脸，羞涩的将被子蒙上，迅速转过身，问道：“没睡觉，为什么不出声啊？”宋燕看着她的背影说道：“在想事情。”温丽就是一只小奶猫，孤僻、高傲、冷艳、尊贵。但凡这种生物肯纡尊降贵，依偎在人类怀里，喵一声蹭一蹭。 人类就失去了所有防备。温丽又等了一会，看他还是未出声。翠问在想什么，宋燕说：“你知道为什么狗比猫更亲近人？可是还是有好多人喜欢猫吗？”温丽根本没有 get 到宋燕的点，警觉地说：“你是不是想养猫？不准养啊，到时候猫毛漫天飞。”宋燕指尖缠绕，撩起她的头发，轻声说：“浴室那么多头发，还好意思说猫掉毛啊？”温丽瞬间像炸了毛的猫跳了起来，怒道：“你是在讽刺我秃了吗？” 顿时场面变得异常尴尬。次日，郭导组局在会所宴请于导和宋燕。于导是一部电影捧红了宋燕，对宋燕来说，他即是伯乐也是恩师。而郭导委托于导认识了宋燕，又通过宋燕见到了百石的白总。此次就是为了感谢宋燕引荐，百石才给郭导的电影投了2亿。宋燕不敢鞠躬，那是白总的决策。郭导盛情邀请宋燕出演一个仙剑大 IP 的角色，宋燕却婉言拒绝自己不擅长感情戏，别毁了这个好本子。于导不死心地说：“那你太太应该很适合啊，她不是拍偶像剧出身吗？” 宋燕却说郭导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联系他的经纪人。但是如果因为我就真不必了。回家的路上，宋燕想到温丽，她不喜欢麻烦我，也不愿和我扯上任何关系。随即打开房门，只见温丽穿着可可爱爱的家居服，一脸清纯，柔声轻快地和他打着招呼：“你回来了。”宋燕震惊，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温丽。虽说我是走错门了吗？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拖鞋里不会藏了什么暗器吧？打开房门的宋燕看着化着淡妆的温丽，穿着可爱的家居服，甜美的和她说：“你回来了，我帮你拿拖鞋。”原本一脸不可置信的宋燕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门，随后余光扫到花瓶后的摄像头，此时的温丽已经把拖鞋整齐的摆好放在宋燕面前。只见宋燕将拖鞋拿起，抖了又抖。温丽蹲着傻傻的看向宋燕，问道：“你在干什么？”宋燕心虚的说：“抖灰。”可是心里想的却是：“这里会不会藏了针啊？” 我得好好拍拍，这一幕令镜头前的编导笑得肚子痛。事出反常必有妖，宋老师这是怕温老师暗害他。温丽可是没察觉出来，起身硬生生的拉住宋燕，给她按坐在沙发上，体贴地说：“老公辛苦了。”营业般的笑容，还温柔地给她捏起了肩膀，甚至亲昵地趴在她的耳边，问道：“力道还可以吗？”这令宋燕面红耳赤，坐立难安，轻握住她不安分的小手，说：“不麻烦了，我回房间休息会儿就好了。”还没等温丽回答，就一溜烟地不见了。 空气中只回荡着砰的一下关门声。回到房间的宋燕才真正完整的呼出一口气，这样的温柔体贴，反常的温老师还真是让人吃不消啊！温丽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求救着对着摄像头说：“她不领情，我搞不来。”编导组接到温丽抛出的问题，回道：“温老师，您这也不是撒娇啊？”温丽也迷惑了：“我这还不叫撒娇吗？”穗嘟唇卖萌说：“非要哥哥嘤嘤嘤才算吗？”总炸毛的小野猫忽然变成小嗲精，侄女撒娇卖萌被反制。 温丽对着摄像头嘟唇哥哥嘤嘤嘤，编导组一口水还没咽下，直接吐了出来，然后疯狂点头。温丽无语，表示自己做不到。编导组诚恳建议，要不温老师您参考下郑老师的录像。一说到郑雪，温丽燃起来了战斗力。对自己不能输，编导组说也可能是宋老师不太好意思，建议温丽告诉宋燕摄像头已经关了。温丽觉得好难啊，叹了口气说道：“那我再试试。”遂端着一盘水果走进房间，并假装关闭了摄像头。宋燕问道。 怎么把摄像头关了呢？温丽心虚说道：“那也不能一直开着啊，关键现在天也晚了。”温丽将精致的脸庞凑了上去，柔声问宋老师：“是水果吗？”宋燕还是一脸防备，说了声谢谢，伸手就要去拿水果，可是温丽却挨了一声，将果盘移到身后，拿起一块水果伸到宋燕嘴边，暧昧说道：“我喂你。”手触碰到宋燕的嘴唇，也不自知，她不知道这一举动已是撩拨到了宋燕。宋燕摩挲着自己的嘴唇。
想着温老师这是到底想做什么，猝不及防的就听温丽说，好了，轮到你喂我了。宋燕机械似的拿了一块水果投到温丽口中，温丽幸福的说道，哥哥喂的就是甜。温老师这做着的操作乐翻了编导组，宋燕也不觉头疼，你叫我什么？温丽想着撒娇卖萌不都叫哥哥吗，这男人怎么好像不吃这一套呢，还有点嫌弃。虽说哥哥还是你更喜欢我叫你老公呢。宋燕缓了下心神，那你再叫一声，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只见温丽根本没感觉到宋燕的反应，冲到他的怀里蹭了又蹭，娇柔喊着，哥哥老公，人家还想吃颗葡萄。宋燕喉咙微动，情愫蔓延，果盘直接翻落在地，他双手反制住温丽，把他按倒在床上。两个人此时都是瑜伽训练中高难度动作。宋燕贴面问道，小打精，你到底想干什么呢？窝进宋燕怀里撒娇卖萌，嘤嘤嘤，完全没有察觉危险在靠近。面对近距离和自己贴贴的宋燕，感受到他饱含情愫的气息，温丽不自觉地吞咽了一口口水。宋燕极力控制自己嗓子都有些沙哑，问道，磨人的小打精，你关了摄像头又来撩拨我，你到底想做什么？温丽羞红着一张脸，结结巴巴地说道，人家就是想吃颗葡萄。宋燕却不听他解释，说了句，我看你是贱人。只看宋燕一手搭在温丽修长的腿上，一手反制住她不安分的小手，随后抽出一只手抬起温丽的下巴，温丽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就要跳出来，紧急提示道，摄像头没关。宋老师你冷静点啊。宋燕立马停住，满脸不解的看向温丽，温丽也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遂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尴尬说道，你先起来啊。这时节目组远程遥控将摄像头关闭，下一步限制级的镜头就不是他们能看的了，但是这超劲爆的预告片马上就可以出炉，心里暗自提示自己，宋老师后面那两个字一定得消音，要不过不了某电总局的审核啊。温丽不等宋燕说话就解释道，节目组有台本啊，说有摄像头怕你不好回应，然后我就……宋燕头痛扶额，这温老师神经也太大条了，事先也要和自己打个招呼啊。温丽像犯了错误的孩子，抬头偷看着宋燕，心里却又倔强的想，都是节目组安排，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宋燕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作孽啊，谁让我喜欢他呢。温丽看他不吱声，又将漂亮的脸庞凑了上来，问道，宋老师你还好吗？看着这个贴过来讨好式的小魔人精，又想起刚才自己那放浪的情愫，宋燕没好气，却还是很温柔的推开他的脑袋，爆出口道，好你个头啊。被摄像头控制的小打精惹祸后，把责任都归咎为节目组，粉丝们对于后期影像和消音部分都产生了浓烈兴趣，看着认真收拾散落水果的宋燕，温丽察觉气氛好像不是太对，遂问道，你是不是生气了？宋燕没有回答，温丽继续说道，我就知道我刚才那么叫你肯定把你恶心到了。转头看了眼摄像头，确定摄像头是关闭了，想着缓和一下尴尬处境，伸了神腰慵懒着说，原本想叫你学长来的，又觉得好像是在装嫩，就没那么叫。宋燕手一滞，一声学长好像无形拉近了他和温丽的距离，遂起身暖心说道，七老八十你也是我的学妹，人间有你严厉夫妇第一期正片预告刚上线，立即惹来粉丝围观，观众直呼要众筹恢复销声部分还有后续影像，某波热搜前五被严厉夫妇直接承包。录制正片的第一天，看着温丽夫妇热度直线飙升，郑雪的手不自觉地被气得发抖，愤怒地把手机扔向陆明，警告道，你今天一定要好好配合我。陆明扫了一眼手机上的内容说，知道了。而另一辆车上，温丽嘱咐着宋燕，宋老师今天就看你的了，一定要碾压郑雪和陆明，为此还吹起彩虹屁，你可是拿过最佳男演员的，一定可以的。宋燕看着此时过度用心的温丽，觉得他好像对这个绯闻男友余情未了，虽问，两年了你还没忘了他吗？温丽却以为他问的是自己被网络暴力，口诛笔伐的被冤枉是小三的事，痛彻心扉回道，当然啊，那我怎么可能会忘。宋燕却打翻了醋坛子，转过头去，温丽不解，你是怎么了？宋燕轻微蹙眉，说，我太太把我当工具人，我委屈一会儿。遂又把头转向车外，温丽对他的反应十分不满意，嘟嘟囔囔地说，你要是不乐意帮忙你直说啊。心里却腹黑，明明之前答应好好的，现在阴阳怪气，这是闹哪样？我两年前被骂得那么惨，你又不是不知道，还嫌弃我记仇了。于是气呼呼的也转头看向窗外，宋燕感觉到他的怒火，也不懂自己跟他较什么劲，遂叹了一口气说道，没有没有，不愿意。一个认为对方对绯闻男友念念不忘，一个认为对方阴阳怪气还嫌弃自己记仇，错评沟通把车上的愤怒值拉满。傍晚热闹的小吃街，怄气的两个人分桌而坐，宋燕和工作人员一桌，温丽和助理还有经纪人一桌，看着小助理毫无顾忌地吃着小龙虾，温丽眼巴巴地看着不住地咽口水，小助理实在不忍心给温丽夹了一个，还宽慰说，姐要不你吃一口吧，一口没事的。温丽看着碗里的小龙虾，两眼放光，口水都要滴出来了，还装作盛情难却地回道，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拒绝。
温丽筷子都没用，直接上手，眼看就要放到嘴里，经纪人丹姐突然轻咳了一声，温丽的手立马僵在半空中，随后丹姐疯狂输出，吃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二个就有第三个，就你这个馋劲，一晚上少说能干5斤。温丽被当众戳穿，心中所想，胸口被堵的就差吐出一口鲜血，放下小龙虾，丹姐摧残的话还没停，明天拉肚子别和我装可怜。 健身房必须去，待不到3小时不准出来。温丽霎时老泪纵横，丹姐直接摧毁了她最后的意志。另一边，宋焰和工作组的人员大快朵颐，谈笑风生。宋焰时不时的偷瞄温丽，看着她从小打精变身小馋猫，眼中满是宠溺和温柔。回酒店的路上，温丽微醺，戏精上身，开始自怨自艾的说：“文文，我好可怜啊，都不懂文文问他怎么了，他就已经开始絮絮叨叨。你就说我一个一线顶流女明星，每年赚那么多钱，什么大牌东西买不到。” 我连手机壳都是全球限量版的，却连几十块一斤的小龙虾都不能吃。文文一听，满脸黑线。温姐这是陷入小龙虾的情节里无法自拔啊！就见温丽咬牙切齿，不断对着手机点点点，愤怒说道：“我1米66.3，过年没忍住多吃了两口，胖了几斤，也就96斤啊。”然后网上那些人就说我胖，我吃了一个月的草才瘦回去。温丽含泪龇牙咬着手机，愤愤地说：“他们瘦，他们最瘦，他们连骨灰袋和加起来也就9斤6。”温文忍不住了。 喊道：“姐，请文明发言啊！”小龙虾没吃成，温丽的火气还没消，郑雪就来点燃战火。娱乐圈顶流第一人，酒后誓言直夸老公，话少说好。酒店电梯里，文文担心地说：“姐，我觉得你需要点解酒药。”温丽一手扶着栏杆，摆手说道：“我可没那么矫情。”忽然电梯门开了，冤家路窄，原来是郑雪和陆明。郑雪一看温丽形单影只，遂一把扯过陆明，就想秀恩爱。 可是陆明却觉得尴尬，拉住郑雪说：“我们等下一趟吧。”郑雪却不乐意了：“怎么这电梯他专用了吗？你心虚什么？”温丽双手抱胸，一言未出，看着极度拉扯的两人，最终四人到了同一楼层，走下电梯。温丽和郑雪都是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终是郑雪最先隐忍不住，点燃了导火索，回头说道：“温丽，你怎么能这么让人讨厌呢？”只见温丽深呼了一口气，问了句：“要吵架是吧？” 心里想的是，正好我今天没吃到小龙虾，憋了一肚子怒火呢。送上门的废料当然不能放过，遂抚了抚墨镜，不屑说道：“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郑雪刚想反驳，温丽就接着说道：“你别忘了，节目组投票第一名的是我。”打了掸肩膀，更加傲慢地说：“没我红就闭嘴，我还没想赏脸，让你和你老公蹭我的热度。”两个女人的战争，陆明真是听不下去，只能劝郑雪：“我们走吧。” 可是此时的郑雪脸被气得铁青，根本听不到别人说话，直接用手指着温丽，大声吼道：“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和宋燕是怎么回事，你们的事圈子里的人心知肚明。你上赶着倒贴我老公，也难为宋燕戴着绿帽子还陪你上节目。”提到宋燕，温丽可不会让着她，遂戏谑地说：“就你老公吗？给我发的那些暧昧信息，要不是那阵炒 CP， 我就直接拉黑他。就你那恋爱脑，觉得是什么好东西？”陆明心虚地转过头去，温丽傲娇地继续说道。 我们家宋老师比他强100倍，比他帅，比他会赚钱，我又没瞎。我会为了他让我的宋老师受委屈吗？郑雪听了他嘲弄的话，这意思不就是说他瞎吗？怒视喊道：“温丽，宋燕他帅，他会赚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又不是真夫妻。”温丽冷笑，谁说我们不是？一脚坚定地踏了出去，高傲自豪地说：“我们宋老师话少活好，一晚上我3天。”陆明他行吗？陆明和郑雪一听，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这温丽也太敢说了，不等郑雪反击，陆明直接拖走了郑雪。温丽就像一只获胜的战斗机，美得直哼哼。完胜，飞机一个潇洒转身，猛地就看见宋老师就在他的身后。那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呢？温丽没有吃到小龙虾的怒火，在迎战郑雪时，火力全开，甚至一晚上3天下不来床的话，都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就当温丽以胜利者的姿态美得直哼哼时，潇洒转身就进入了一个大型社死现场。宋燕赫然站在自己的身后，可是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 温丽和宋燕两人四目相对，周遭一片寂静，尴尬的乌鸦从两人头上飞过，两人径直走入酒店房间。走在后面的温丽审视地看着宋燕的背，将墨镜戴上，掩盖下自己探究的眼神，心虚不已地想：刚刚我都说了什么来着？遂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宋燕将手中拎的食盒放在茶几上，然后回头看向温丽，回到几分钟前。温丽开启福尔摩斯模式，认真分析：几分钟吗？那就是应该可能，也许大概没听见我说的话，但还是想证实下自己的猜测。磕磕巴巴问道：“那你听见了吗？” 宋燕开启实际影帝模式，疑惑问道：“听到什么？”可是这话在温丽听来就是明知故问，羞耻心上头，龇牙回道。
我和郑雪的吵架内容啊，时间又一次静止。宋念认真思考着，温丽就像坐错事的小孩，低下头的瞬间，握紧滑落了下来，猝不及防的宋念伸手摘下她的墨镜，凑到温丽面前，轻快说道：“听见了。”温丽顿感无比尴尬，此时就想原地消失。慌乱中就要推开宋念，可是自己的左脚开始为难起了右脚，眼看就要摔倒，电光火石间，宋念一把抓住温丽的手，浑厚的力道让温丽向后仰去，两人双双倒在了沙发上。 甜甜的暧昧气息在房间内流转，可是温丽却杀风景的发出灵魂拷问：“你是不是男人啊？”温丽和郑雪的吵架内容被宋念全数听取。夜晚，宋念调戏温丽要不要试试三天下不来床，可是前一秒温丽还在问他是不是男人，温丽发出灵魂般的拷问，摸不着头脑的话语让宋念怔愣片刻。温丽开始强行甩锅，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这个时候，就算是听见也要说没听见啊！宋念起身无奈地说：“真是服了你了。” 温丽用手捂着自己羞答答的小脸，还在想要怎么继续甩锅。就听宋念温柔地说：“给你打包的小龙虾，快来吃吧。”温丽一听，两眼冒着金光，用手指了指，真的是小龙虾啊！随后对着心心念念的小龙虾大快朵颐，目光无意扫到外卖备注写的少辣少油，还有一盒解酒药，顿感心里暖暖的。宋老师还是很贴心的嘛，遂推了推碗里包好的小龙虾，对着宋念说：“我吃不了太多。” 不吃完怕浪费，说完觉得万一宋念要说不吃，那多尴尬。又补了一句：“你要不想吃，那就算了。”宋念看着拧巴的温丽，拿起包好的小龙虾，一边吃一边疑惑问道：“你那嘴到底是什么做的？怎么就那么硬呢？”夜晚卧室房间内，温丽假寐的闭着眼睛，洗漱好的宋念也轻轻上了床，贴近温丽的耳朵，充满诱惑的问道。 想试试三天下不来床吗？温丽一听，瞬间化身小猫咪缩成一团，无处可躲，只能掩耳盗铃般用枕头盖住红彤彤的小脸，说道：“我那画室期正雪呢，你还认为自己真那么厉害啊？”宋燕调戏回到：“三天是不至于，可是一天还是可以的。”温丽可不上当，说道：“滚啊！”宋燕爱抚的揉了揉温丽的头，说道：“原本担心你看到他们一起会难过，还好是我小看你了。” 温丽没太听懂宋燕的话，茫然转身问道：“我为什么要难过啊？”宋燕也觉他的神情不是装的，遂问：“你不是喜欢陆明吗？”温丽用手支起下巴：“谁说我喜欢他？哪个营销号造谣？我明天就给他发律师函。”宋燕也是一阵迷惑，又问了句：“你不喜欢他吗？那两年前在化妆间里，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夜晚，顶流小夫妻还在讨论要不要试试三天下不来床。 时隔两年的误会，就在温丽特别的方式中消除了。宋燕还在疑惑，两年前在化妆间，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温丽眼神闪躲，没有正面回答，说道：“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个玻璃心啊？”宋燕字面解读她的意思，所以你喜欢过他，那现在如果你对他没那个意思，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都过去了。温丽慌乱，你要听不懂就别瞎合计，这完全不对啊！虽说不是，我没有啊。 宋燕看着他满脸焦急的模样，感觉他可能还是没有放下陆明，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叹了口气，给他拉了拉被子，无奈地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转身说了句晚安，便关了台灯。看着宋燕落寞的背影，温丽内心的小人不断在颤动。最后，侄女化身的温丽一咬牙，直接爬坐在宋燕的身上。本来就没有睡着的宋燕，一瞬就睁开眼睛，可还是吓了一跳。这小猫咪又想干什么？就看炸毛的温丽大声吼道：“我那是被气哭的，那是愤怒的眼泪。”温丽对着宋燕回忆当时的窘境。 炒作前，剧组和丹姐就跟那个垃圾再三确认，可是他明明已经有女朋友，还和我炒 CP， 为此我被他坑得惨遭网暴。就看温丽越说越气愤，圆滚滚的眼睛都淬了毒，冒火星子。如果不是丹姐劝我，让我为了事业忍忍，我早给他打成残废了。转头又看向宋燕，你也不信我吗？宋燕看着温丽期盼的眼神，一点点靠近，柔声说没有。温丽能感受到宋燕温润的气息，害羞的一点点后退，就听啊的一声响彻整个安静的夜里。 宋燕慌忙拉开台灯查看，就看温丽四仰八叉的摔倒在地上，原本被她吓了一跳的宋燕愣住三秒后，扑通一声笑了出来，张牙舞爪的小猫咪温丽又炸毛了。你笑个屁啊！温丽为了跟宋燕解释自己从来没喜欢过陆明，吐出了脑震荡和大屁墩的惨痛代价。原本担心她的宋燕一见小猫咪炸毛伤到自己，不受控制的乐出声来，但是随后起身将温丽抱起，并轻轻的抱至床上，柔声呵护：“摔着哪了吗？”温丽虽然刚才被嘲笑。 但这会也有些许脸红，没好气地说：“废话，我可能脑震荡了。”宋燕没关注她的语气，而是帮她轻揉起太阳穴。温丽当然不只是摔到头，还有腰和屁股。遂自己也揉了揉敏感部位。宋燕问这里也痛吗？就要帮她揉揉。温丽却不好意思地躲开，说：“我自己来。”但是宋燕却是直接上手搂住她，调戏说道：“害羞什么？我也不是没摸过。”温丽靠在她的肩膀上，感受着她给的温柔，说：“我被网暴气哭的事不要跟别人说，要不黑粉知道了骂得更欢了。” 宋燕心疼地问，说得很难听吗？温丽却大大咧咧地说：“没事，我都习惯了，也有很多粉丝是爱我的。”看着坚强的温丽，宋燕却是紧紧地抱住她，
说都过去了，次日人间有你正式录制现场，几对嘉宾陆续入场，十指相扣出场的严厉夫妇呼声最高。就见导演发出第一个游戏指令，默契大考验，你比我猜。温丽和宋焰是第一组，就看温丽比了一对耳朵。宋焰猜是兔子吗？温丽又开始挥动双手，好像要飞起来。宋焰思考了下，鸡飞蛋打，主持人都惊讶，回答正确，这宋焰可太聪明了。 这边温丽看着下一个题目，瞬间愣在原地。宋焰不解，有时间限制，快坐啊！温丽却是陷入窘境，说下一个吧。现场观众却是不答应，不能换，不能换。温丽侄女上线在线回对，是你们做游戏还是我做啊？宋焰一看，怎么还急眼了？就听观众席喊着人家想吃葡萄。宋焰会心一笑，小打精，观众参与感十足。对对对，就是小打精。温丽拽了拽衣裙，在一阵阵欢呼声中凌乱了。 综艺录制温丽长长社死，三立大军扛大旗，军阀大少VS清冷闺秀，粉丝直呼绝了。人间有你，综艺录制现场，好好的节目被编剧和粉丝带跑偏，小打精都出现在游戏猜词中。温丽再一次经历大型社死窘境，最最最关键的是宋焰还配合的猜对了，不知所措的温丽只能佯装生气说走了，不录了。就向后台走去，宋焰还和粉丝们笑盈盈的挥手示意，就被温丽拉着小手拽了下去。主持人抱怨编导。 你看，你出的题都把温老师惹毛了。编导却是不以为意，粉丝喜欢，就看现场观众擂鼓喧天高喊喜欢。主持人适时调动气氛，好，那让我们期待下一环节，还原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名场面。这边后台化妆间，温丽正看着下一场拍摄的剧本，一边做着对应的造型，心想以前的编剧真敢写啊，养兄妹近锻炼多虐啊，突然凑了蹙眉，这怎么还有吻戏呢？遂晃了晃手中的剧本，问编导：咱们的剧本里写的亲吻。 有要求是真亲还是借位吗？编导心想，你们是夫妻，还需要借位吗？但是嘴上却说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观众肯定想看你们真亲的。温丽回答：“那明白了。”心想：“那我肯定是不能真亲的。”随后去换一间，换了下一场的服装。就听演播厅传来一阵喝彩声，名正言顺。YYDS，名正言顺，美哭了。同时敲门声响起，宋焰提示温老师：“我们该上场了。”温丽转头回到：“来了。”就看舞美搭建的一场逼真，一个深宅大院的连廊门洞内。 两个风姿绰约的人物，军阀大少VS清冷闺秀，就看温丽对着宋焰轻轻俯身，大哥安好。宋焰心疼的轻抚起温丽，小妹安好，不愧是娱乐圈的顶流，那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让人一秒入戏。现场观众直呼绝了，画面也太美好了。顶流颜值演绎民国风，一秒带你入戏。军阀大少 VS 清冷闺秀，资深综艺女一句话反转剧情，严丽粉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在某博上发了动态，引来网上疯狂评论转发，主持人慌张了。 粉丝们不能剧透哦，要给正片留条活路啊！这边温丽和宋焰认真的出演角色，温丽说：“大哥，我不想留在这了，我想回去找爸妈。”转身就要走，柔弱的手腕却被宋焰紧紧抓住，就往自己的怀里拉扯。若你此番回去，爸妈是不可能再让你出来的。温丽挣扎，眼神闪躲，不出来就不出来，在家也挺好的。宋焰深情的望向他，让他直视自己。那我怎么办？小妹，你是不要大哥了吗？ 告诉我，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柔情似水的两人四目相对，观众席一片寂静，期待着下一幕高潮迭起的出现。这点上，侄女温丽从来不会让粉丝失望。就看她转头擦着眼角不存在的眼泪，心想这是综艺又不是真演戏，是时候活跃下气氛了。口不择言地说：“你睡觉打呼噜实在是太吵了。”主持人和观众席瞬间懵住，噗噗噗的一声哈哈哈的笑了起来。三立就是三立，出其不意的三立出奇迹。 这一操作让宋焰也愣在原地，剧本可没有这句话。心想，演戏我还能带这姑娘，综艺上她确实是前辈，只能深呼吸配合她道。那你睡觉磨牙，我说什么了呢？温丽没想到宋焰居然能接得住她的话，观众席又是一片欢呼。随后高潮来袭，宋焰直接壁咚了温丽，观众的期待值拉得满满。就见宋焰的左手臂正好挡住了温焰的小脸。 俯下身去，鼻尖对着温丽的鼻尖，温丽推了推宋焰的腰，小声说：“表演结束了。”宋焰却没理他，蜻蜓点水般扑上他的唇。随后就见宋焰退后一步，温丽精致小脸红扑扑的。主持人八卦的追问：“亲到了吗？”宋焰回味了下刚才的浅尝辄止，轻咬了下下唇，若无其事的回到：“没亲到。”新晋女正雪吵架上输给侄女温丽后，在粉丝面前大秀演技上演攻心计，网络上又掀起轩然大波。温丽和宋焰表演完毕，对着观众挥手打着招呼。 主持人宣布，人间有你录制进入最后一个环节。生活中的小确幸，嘉宾各自带来了他们心中最有纪念意义的单品。但是先要考考现场的观众，猜下都是哪位嘉宾带来的单品。就当第一件单品打开时，粉丝们就齐齐喊道：“是三立和美人家的画。”直播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温丽和宋焰也愣在原地。温丽问：“是你让他们把我爸的画扛过来的吗？”宋焰说：“没有，这幅画应该不是家里那幅。”此时，一旁的郑雪上前说：“这是我和我先生的纪念品。”
这幅画是国画大师徐时茂的作品，他只画过一幅石榴图，世上独一无二。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先生特意从一个收藏家那高价买过来的，作为新婚礼物，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今天就带过来了。”主持人笑着问道：“那怎么观众一直喊是温老师家的画呢？我还以为台本写错了呢。”就看郑雪表里表气，惺惺作态地亲捂着嘴，说这话确实只有一幅。 对着温丽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家居然有别人临摹的赝品，还特意将赝品两个字加重了语调，赶忙说要不这画拿下去吧，我换个别的纪念品，我真不知道弄出这么个乌龙来。”主持人冷汗直流，还打着圆场。郑老师想的真周到，在温丽的眼里，郑雪就是纯纯的白莲花作态，城府很深，心机满分的女人。回去的路上，温丽看着手机上的留言蜚语，已经满天飞啊。 郑雪肯定是故意的，我家的画是我爸画的，肯定是真的。再说观众都知道我家有那幅画，他能不知道吗？想着现在就给他爸打电话。再找个鉴定师，可是一看时间实在是太晚了，只能作罢。郑雪挑起风波后，他还风轻云淡地发布某博，小事而已，别打扰人家。乖，这操作好似就坐实了温丽买赝品画一样，洗漱完毕的温丽怒不可遏，直接将手机关机，还扣了过去。眉头斜视，回家就一直抱着手机不放的宋燕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小猫咪貌似又要炸毛了，城府很深，心机满分的郑雪拿着个假画和温丽拼真伪。宋燕一晚上就颠覆舆论导向，对着温丽想清就清。温丽因为网上的不实言论怒火中烧，看着宋燕回家就一直忙自己的事，气呼呼的温丽只哼哼，辗转反侧也没等到宋燕上床。次日中午才睡醒，宋
这个声明是宋燕说我写的，温丽感动的自带 BGM。 宋老师，你是天使吗？宋燕爱抚的用手指轻轻触了触他的额头，不是，是我的手指。宋燕说我写的，温丽感动的自带 BGM。 宋老师，你是天使吗？宋燕爱抚的用手指轻轻触了触他的额头，不是，我是你老公，先去洗个脸吧，小花猫。温丽看着不断打着哈欠的宋燕，这一晚上开认证、写声明、联系我爸，真是难为他了。应该一宿没睡吧？昨晚我还误会他对自己不管不问，生了大半天闷气，最扭捏的说谢谢你，宋老师。宋燕看着他的小模样说不客气。 温丽一下子想起网上自己扬眉吐气真过瘾，最拍着胸脯说：“那你想要什么回礼？尽管说我有钱。”宋燕正愣，我不缺钱。温丽想想也是，心怀邪念的想，那可以要个吻啊。嘴上却说：“好嘛好嘛，那你想要什么？”宋燕好像真的在认真思考，要不你亲我一下。温丽当场僵住，这妖孽莫不是会读心术吧？但是她既然提了，我就小小满足她下吧。 虽闭上眼睛就俯身凑了过去，宋燕没想到温丽居然当真了，可是马上就要亲上时，宋燕却突然转过头，说：“你平时难道不应该是？”随后学着温丽的表情和动作，哼，想得美！噗的一声笑了出来。今天怎么这么听话？温丽觉得自己好像被戏弄了，炸毛倒没有卸里了，我去洗脸。可是刚进卫生间，内心开始慌乱，自己这是怎么了？我生什么气呢？想了想，又走了出来，对着宋燕说：“你真不要谢礼。”宋燕也不懂这小猫咪怎么好像有情绪了，回复不用啊。 温丽没好气地说：“哦，随便你。”遂又回到卫生间，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喃喃道：“我到底在失望什么？”此时察觉不对劲的宋燕也来到卫生间的门口。温丽问：“有事吗？”只间宋燕并未回复，径直走到她的身边，亲了上去，对她说道：“就算要谢礼，也不会要这种东西。你是我太太，我想亲就亲，怎么能算回礼？”温丽瞬间面红耳赤，而她的思维还停在刚才那个吻上，喊了一句：“我还没洗脸，你不讲卫生啊！” 新节目的交流会，偶遇女团C位出道的师妹，热脸却贴了冷屁股。温丽姐教你如何谦卑做人。温丽和经纪人丹姐来到该丽公司，丹姐嘱咐这次男团选秀会有风趣老板和公司的人外，还有话没说完，温丽就看见了当红女团的 C 位成员自己的师妹许星月。温丽遂止步，热情的和她打起招呼。可是许星月却在温丽面前傲慢转身，径直向前走去。 完全无视了温丽，温丽和丹姐当场愣住，丹姐吐槽真是狂妄啊，去年没出道的时候，在公司只要你出现就为钱为后，拉着你的手就不放，这才红一年啊，就已经目中无人了。温丽却抚了抚墨镜说，谁让他运气好呢？走到哪都有人捧。随后大步流星向会议室走去，说到走吧，丹姐，一会儿还要和师妹开会呢。丹姐还挺疑惑，温丽今天这么淡定吗？这是长大了吗？ 会议室门口，丹姐给温丽介绍着，这是风讯的李总。温丽大方的伸手说：“李总好，期待我们的这次合作。”随后，许星月也和李总打着招呼。李总和丹姐说：“嘉瑞真是不得了，从老板到艺人，个个都是大美女。”此时，许星月也甜美的和温丽打着招呼：“师姐好。”温丽一看，小丫头不错哦。
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啊。最笑眯眯的关心的问，师妹你嗓子没事了？丹姐也助力道，是啊，你嗓子好了。许星月一头雾水，说我嗓子没事啊。温丽貌似懂了的样子，摆摆手说，那你是忘了戴隐形了吧？要不刚才我在你面前跟你打招呼，你怎么都没看见呢？许星月这才听懂温丽的话，尴尬的说，是啊师姐，实在不好意思，我还真是忘了戴隐形。风旭李总帮忙打着圆场，这师门情谊就是不一样，看来我选的首席见证人真不错。丹姐却适时开口，要是近视严重，那就把近两个月的通告撤了，免得哪天看到我都不知道打招呼。许星月真是惊了，这丹姐可不是能轻易得罪的，忙道歉说，我下次一定记得戴隐形。丹姐转头对李总说，不耽误时间了，李总之后还有事，我们开会吧。每次宋燕用心温暖温丽后，温丽总有本事再将宋燕的心往外推一推，温丽和宋燕又起矛盾，宋燕都开始质疑到底谁才是自己的太太。交流会后，会议室只剩丹姐和温丽。温丽看向丹姐问，什么重要的事啊，还单独把我留下来？丹姐扶额头疼地说，你说你当着李总的面内涵许星月干什么？最近他风头正盛，很得风旭的赏识，你是觉得自己的资源好想扔出去点啊？温丽闷哼一声，那你为什么还把我一起损他？丹姐眯着眼睛看向温丽，你不知道吗？你可是我最大的摇钱树啊，我也不能为了他得罪你吧。温丽听着这又爱又恨的话，轻笑了一声，就看丹姐忽然凑近自己说，你和你老公说说，第一期如果宋燕来当飞行嘉宾，再联动下你们那个夫妻综艺，肯定会轰动出圈的。温丽皱眉，那你直接去找他经纪人啊，再说他们公司的白总你也认识。丹姐却是拍了拍温丽的肩膀说，他的好老婆就在我面前，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可是温丽也很为难，虽说就算我说了他也不一定能来，可是丹姐却坚信温丽一定可以。夜晚回家的路上，温丽看着一直玩手机的协议老公宋燕，心想我这老婆当的还不如他的手机有吸引力。助理文文按温丽给的台词假装提示说，姐，丹姐说张总让你叫宋老师当一期飞行嘉宾，你说了吗？你可别忘了。温丽看向宋燕，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遂问宋老师，刚我助理的话你听到了吗？你要记不住档期就问问你经纪人啊。宋燕头都没抬说没听到。温丽开启炸毛模式，不满喊道，文文那么大声，你说没听见，我说话你怎么就听见了？你耳朵装什么过滤器了吗？宋燕看向炸毛的小野猫，不温不火的回复，没装。温丽还是不依不饶，伸出小猫爪做事要来抓宋燕的耳朵，说那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可是被宋燕一把拉住，两个人四目相对三秒钟，温丽才开始挣扎。宋燕郑重其事地看向他，然后松开握住他的手，总借别人的嘴来跟我提要求，一脸落寞地问温丽，到底谁才是我太太？前一秒还是以你亲密，下一秒就冷如冰坨。还好我们温丽知性大方漂亮可爱，最最重要的是总手滑，为你成团第二季如火如荼的开始了。温丽一身流光溢彩的紫色琉璃收腰热裙，星空蕾丝面料增加一层朦胧的美感，举手投足间温柔中带点仙气，飘染着淡紫色的披肩长发，配合着调皮又有些许可爱的爱豆妆容，惊艳了前来敲门的工作人员，直呼温老师你也太美了。心想这节目流程里没加温老师的表演环节真是太失策了。温丽优雅不失大方地回道，是吗？谢谢。随即开始各种疯狂自拍，并发到了工作群内，也接收到了高度一致的好评。就当要转发给自己的协议老公宋燕时，回想起两人昨晚怄气的场景，迟疑了片刻，想着还是算了。正巧工作人员来收手机，并提示温老师可以候场了。温丽也很是配合的将手机递了过去，可是就当递过去的瞬间，不小心滑动到了发送键，美美的照片发送成功。这边舞台上，主持人已经邀请出为你成团第一季出道的当红女团成员许星月，第二季以导师身份重回舞台，不少粉丝就是为了许星月才来的现场，台下一片欢呼声。这时主持人活跃气氛，铺垫即将到来的神秘首席见证官，大屏幕也开始播放温丽近年来的影视剧照，大声互动，她就是。台下配合的喊出温丽，此时温丽也走上了舞台，看到她的靓丽身影，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介绍完导师和见证官，主持人开始 Q 下一个环节，邀请许星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温丽和许星月擦肩而过，面上微笑示意，内心却是电光火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新节目交流会，师妹人前人后两副面孔，节目伊始又起幺蛾子，丽姐告诉你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许星月不愧是当红女团，唱跳俱佳的一曲过后，粉丝们都要为之疯狂了。最后还和粉丝们互动，我的表演没给上一季的师姐们丢脸吧？她随即转头看向台上的温丽，喊道，温师姐，你是成团首席见证官，我们几个导师都表演过了，你也上来展示露两手吧。温丽一愣，彩排的时候可没说有这个环节啊。许星月对着台下的粉丝说，温丽可是我的师姐哦，实力雄厚，又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首席见证官，大家想不想看看温老师的表演啊？台下的观众自然想看，遂齐声回道，想。温丽尴尬的连连摆手说道，但是我没准备节目啊。心想这个许星月想干什么，台本上没有的东西自己就敢这么 Q 流程。许星月看过温丽的直播蹦迪，一副看好戏的腔调说，师姐你就跟着曲子随便跳两下就行。心想温丽你逃不过去，不是让我戴隐形吗？
我就等着看你出手。台下一片期待的喊声，来一个。温丽无奈的叹口气，又深呼吸了下，说道，既然盛情难却，那我只好献丑了。说着走上舞台，随着音乐的响起开始舞动起来。开玩笑，我可是温丽，当时表演系的形体课老娘也是满分选手。就看温丽妆容合适，表情到位，动作拉风，妥妥一个漫画中走出的梦幻少女啊。台下一阵阵的呐喊声响彻演播室，许新月也是一脸僵硬的鼓着掌。主持人由衷感谢温老师的热舞，暖场一流，后台大家都热烈讨论着刚刚温丽的舞蹈，效果真是太棒了。听着大家对温丽不绝于耳的溢美之词，许新月都要后悔死了，为什么要 Q 温丽上台。就当要离开的时候，却被温丽一把拦住，师妹很厉害啊，这台本上没有的安排你都可以自己改。温丽唱跳俱佳的表演轰动全场，师妹搬起石头砸昏自己，节目迎来一个小男生，另一个可以让温丽炸毛的男人。后台温丽拦住许新月，质问他怎么随便更改台本。许新月却说，师姐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我只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巧给导演一点建议而已。此时路过的导演心虚的想变成透明人逃走。温丽有些不满的控诉，就算为了节目效果也应该提前知会一声啊。就看许新月哼着歌若无其事的走开了。导演道歉道，温老师实在抱歉。温丽看向他，就想知道为什么。导演这才说了实话，我不太好得罪许新月，小声嘀咕他背后有人捧。温丽懂了，哦原来如此，心想真是能靠关系都不愿踏踏实实走路。导演理亏的说，您消消气，休息片刻继续录制。就看温丽念着下一组练习生的名字，眼睛都要钻进去了。说到徐丽，就看一个年轻帅气的男爱豆身长笔直的站在台上。温丽尴尬且敷衍的夸了句，不错，外形不错。录制结束，温丽在车上还没走，车门又被打开，助理在外面说，上去吧，我看过了，周围没人。就看一个嘻哈打扮的潮人上了车，好听的男生问道，你来这个节目怎么没告诉我。温丽炸毛的一把薅掉小潮人的帽子，怒目而视，你谁啊，我要跟你说。厉声说，小崽子跟你姐我说话客气点。随后又恢复随和姐姐的神态，伸手去扒拉弟弟徐丽的头发，问道，你不是学古典吉他的吗，怎么来参加选秀了。徐丽吐了一口气，回到公司说，现在做纯音乐没市场，让我参加节目吸吸粉。温丽一听极其不爽，那你怎么不找我，看不起你姐我的人脉吗。许丽扭头看向他，你不也是靠自己走到今天吗，我也能，要不我早就找百森哥和宋老师了。温丽一听就又炸毛了，握起小拳头就向弟弟徐丽砸去，说道，咱俩可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你想进娱乐圈第一个不应该想到我吗，想着找那两个男的干什么。徐丽却是正色道，听爸说你最近也不少事，我不用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吧，我先走了。说着打开车门就要跑，可是瞬间又被温丽抓住。温丽警告道，好好参加节目，别在那99个练习生里给姐找个男弟媳妇回来啊，姐可不要。徐丽实在受不了温丽的脑洞，慌忙逃走。温丽手滑发出的美照，宋燕愣是一个下午都没回复，应酬到半夜才回家，还有小迷妹发信息联系她。录制结束，温丽看着自己手滑发出的图片，可是宋老师为什么还不回，就想问问怎么不回话，打上又删掉，随手就把手机扔掉，表示自己要生气了。夜晚洗漱完毕的温丽看着墙上滴答的时钟，都这个时间了，宋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就听咔嗒一声开门声响起，温丽赶忙去开卧房门，正是回来的宋燕，两人同时问出口。宋燕问怎么还没睡，温丽问怎么才回来，宋燕回道，和百森出去吃饭了。转头看向摄像头，问到摄像头关了吗，这小打惊的后遗症对宋老师的影响太大。温丽拍了拍胸脯，说到关了，看着宋燕走向摄像头，还问了一句，你不信我。宋燕检查完毕，心想，是的，我得自己检查下才放心。放下手机的宋燕开始换衣服，温丽却对她的手机产生了浓烈兴趣，她是喝酒没看手机吗，还是说吃饭的地方信号不好没收到呢。就当她迟疑的时候，按亮了宋燕的手机，宋燕一回头就看见她对自己的手机发呆，说了声你。就看温丽举起她的手机，说道，好啊，我给你发微信你不回，你却偷偷的拿我的自拍当起了屏保。温丽自信的美得跟朵花一样，问到，我这个妆是不是很好看，好看到你都把万年不变的屏保都换了。然后自我陶醉道，不用不承认哈，确实好看，随便用随便用啊，哈哈哈。宋燕一脸黑线，观察力可圈可点，就是推理能力真的是太差了。就当温丽还沉浸在自己的美貌中时，手机忽然响起提示音，温丽把手机递了过去。宋燕看着信息的内容若有所思，温丽好奇的凑近问道，谁啊，大半夜给你发消息。就看原来是白天给自己使绊子的师妹许新月，她写道，前辈你好，从其他人那得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介绍自己是温丽的师妹。温丽看完内容看向宋燕，酸溜溜问道，有人加你，你还不同意吗。宋燕用温丽的爱豆照片当起了屏保，温丽美的跟中了500亿彩票一样高兴。大半夜，宋燕接到小迷妹的短信，温丽直对心机女大杀四方。宋燕拿起手机递给温丽，很自然的说，既然是你师妹，那就你处理吧。温丽一愣，没想到宋燕会这么说，最试探性的说，如果让我处理，我会把她骂得很惨哦，你确定吗。宋燕宠溺的看向温丽，我们温老师骂人什么时候需要和我汇报了呢。温丽也很恼火，原本我也很想找她算账，但是说她背后有人，我怕我出手后惹了麻烦，舅舅立马就有借口给我逮回家关起。
起来了。难得温丽用了脑子一次，宋燕拍了拍温丽，把手机递到他手里，说道：“放心吧，他靠山是圈内的郭导，郭导刚收他当干女儿。”心想这个郭导居然将自己的私人微信都给他了，不是一般的用心良苦。而温丽却是看着宋燕的手机，心想怪不得之前许星月找自己搭话，有意无意总聊到宋燕，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温丽恨得牙痒痒，我倒想看看这个许星月心思到底藏多深。迅速点击通过验证，随后就是接连不断的信息提示音。温丽更是不爽了，发的都是什么玩意，一堆可爱表情，这对宋燕的喜爱之情无以言表，还期待宋燕能接演仙剑的那部电影和自己合作。看不下去了，也没空跟他聊文字，直接拨打了许星月的语音电话。许星月本就因为宋燕通过好友申请而欣喜，此时看到宋燕打过来的语音电话，更是觉得自己的魅力值真大，透着喜悦，满满的期待，甜美的喊道：“宋老师。”就听对面传来一个愤怒的女声回道：“许星月，是我。”许星月原地炸裂，怎么是他？温丽半卧在床上问道：“你是不是忘了你是嘉瑞的艺人？就算你有靠山，想当嘉瑞一姐，你是不是也要问问我，问问张总答不答应？”许星月还在解释自己没那个意思。温丽回道：“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靠山，就想踩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温丽嘲笑：“走后门就要有走后门的自觉，不要把我的容忍当做你炫耀的资本。”就听那边许星月理直气壮地说：“师姐，你没证据，请不要乱说。”温丽给许星月发的语音是扬声器的模式。宋燕听他矢口否认，就接了他的话问：“我说的算不算证据？”接着走到温丽身边，给温丽盖了盖被子，继续说：“电影我不会接，你正好帮我转达郭导吧。”许星月此时无地自容，气得瑟瑟发抖，说道：“那打扰了，我先挂了。”这边温丽大喊一句：“等等！”吓了许星月一跳。就听温丽说：“你自己大半夜不睡觉，还加我老公微信，很打扰我们夫妻的夜生活，很没道德，知道吗？”直接痛快的挂断，拉黑后把手机递给宋燕，可是宋燕却并没有接电话，而是奔着洗手间走去，说：“我去洗澡准备一下。”温丽疑惑：“准备什么？”宋燕扭头：“你说的夫妻夜生活啊。”温丽啊了一声：“我又说了什么？”红着脸想着他还真去洗澡了。这时又到了交公粮的日子了吗？所谓的师妹目中无人，录制现场随意替温丽演节目，半夜还想拉别人老公入组，还妄想抢别人的高定礼服，现实打脸一件接着一件。次日铺天盖地的新闻，指责许星月心思恶毒，在为你成团录制中肆意篡改台本。车上丹姐和温丽说：“幸好你昨天没被他坑到，你还记得下个月慈善晚会的礼服吗？之前在店里试过的那条法国的高定。”后来许星月去店里非要试试那条裙子，看着略显失落的温丽，丹姐拍了拍温丽的肩膀，说道：“放心，品牌方当场就拒绝了。”丹姐头疼的扶扶额说：“那时张总就和我提过，许星月红得太顺利，有点看不清路了。”温丽霎时血气上涌，说道：“文文，掉头。”文文惊讶问道：“姐去哪啊？”温丽笑着回应：“我们去试衣服 ，KK 高定礼服店。”温丽身着法国著名设计师的高定晚礼服，抹胸流肩设计，把温丽的曼妙身姿展露无遗。和服务人员说：“把上次许星月来你们店试订的礼服都拿出来，今年上半年有好多红毯活动，我师妹眼光还可以，她是订的，先给我看看吧，你们有空再给她挑别的款。我太忙了，她时间还是挺充足的。”说着开始自拍了起来，服务人员可得罪不起他们的品牌推广大使，说道：“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送来。”文文还在一旁助兴道：“姐你真牛，全是我们的啦。”这边许星月狠狠地将手机砸了出去，因为他收到了温丽给他发来穿着高定礼服的美照，而当他想反击回复的时候，显示对方已不是自己的好友。想起昨晚的电话，今早的新闻，再看看美美的温丽，许星月心态崩溃已经在暴走的边缘。温丽发美照被协议老公直接用作屏保，对无视自己给自己下绊子，半夜拉自己老公进组的师妹温丽直接绝杀了她。为你成团正式上线，铺天盖地的娱乐头条被温丽所占据，绝美的爱豆妆容和灵动的婀娜舞姿又吸引了一批三立铁粉，直呼是九天仙子落凡尘。躺在床上的温丽翻看着关于自己的热搜，看着粉丝不重样的夸赞自己，更是高兴的在床上滚来滚去，喜笑颜开的哼着小曲准备去客厅喝杯水，推开门就看见自己的协议老公宋燕，诧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宋燕说：“两个多小时了，看你在睡觉就没打扰你。”温丽欣喜地问：“那你看热搜了吗？”宋燕反问：“什么热搜？”温丽摆手说着没什么，心里却有个小得意，说道：“当然是我的封神热搜啊，而人间有你监控室的导演却耷拉着脸，一个下午了，什么有用的素材都没有了。”忽然就听工作人员说：“导演你快过来看。”导演顿时老泪纵横，欣慰说：“还好让你放大捕捉到了素材啊。”夜晚温丽宋燕终于同框直播，温丽暗暗戳戳宋燕，小声提示道：“宋老师记得谢谢粉丝的礼物哦。”宋燕接收到了指导，立马就要开口感谢，却忽然顿住了，就看三立美人一晚几次送了100来个深水潜艇。温丽面红耳赤怒吼：“你怎么又来了？”贴近宋燕耳边说：“宋老师这种的就不要感谢了，他们就是故意的。”对着屏幕大声喝道：“思想要健康哦，这种名字的粉丝不要再送了，我和宋老师是不会谢的哦。”而宋老师看着炸毛的小猫咪觉得真有意思，忽然粉丝提示节目组发了30秒预告片，你们看了没？两人双双呆愣，然后齐齐摇头。粉丝提示剪得超好，快去看。温丽询问宋老师要看吗？宋老师说看看吧。打开视频就看温丽躺在床上对着自己的热搜新闻，形象全无效的翻来覆去，此时小脸羞答答红通通的温丽尴尬社死。而预告片中的宋燕在阳台上对着自己老婆的绝美直拍反复观看，疯狂打 call， 对夸自己老婆的评论无限点赞，对要抢自己老婆的评论通通举报，妥妥一个护妻狂魔。
温丽不敢置信地看向宋燕，宋燕只能笑笑掩饰自己的尴尬。人间有你摄像头下的夫妻俩，双双社死。宋燕在线上演护妻狂魔，对夸自己老婆的评论无限点赞，对要抢自己老婆的评论通通举报。夜晚两人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温丽指着宋燕转发的人间有你预告片，伸出小脚轻轻踹了踹宋燕，问道，你不是说没看热搜吗？宋燕装傻充愣的问，我有说吗？温丽却不是很满意他的回答，跟我装失忆呢？宋燕直男上线说，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而且你想让我看你热搜，你为什么不直说？温丽一时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就看宋燕转过身去佯装睡着了。温丽怎么可能就这么败下阵来，刷的一下揭开被子，半坐在宋燕的身上，忽地扭过宋燕的头说，别转移话题，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看我的直拍视频。宋燕半起身问道，怎么我看不得吗？两人开始没营养的对话，那为什么刷那么多遍还点赞还举报？宋燕沉默一阵，随后说，你是我太太啊。温丽一摆头说，协议还能当真吗？宋燕却扶上温丽的腰身说，温老师，你要还不下来我就真要当真了。温丽满不在乎说道，不下你能把我怎么样？宋燕收紧扶在温丽腰身的手说道，我能。立马给温丽扯了下来，两人互换了位置，挠起了痒痒，痒得温丽哈哈哈的笑得停不下来。宋燕得逞的问，还说吗？温丽一边笑一边说，不说了，真的不说了。两个人的甜蜜画面都要溢出屏幕来。宋燕轻轻的敲了敲温丽的脑袋以示警告，温丽却没有起身说，宋老师，上次你就悄悄把我的自拍当屏保，这次也是一句话也不说，你是不是我的颜粉啊？协议到底能不能当真？甜蜜氛围溢出屏幕，下一幕的经典名场面勾起温丽的羞耻心。人间有你录制现场，编剧老师找温丽和宋燕沟通下一场情景剧的内容，让两人说出对彼此最深刻的影视作品，提示不能是两人合作的作品。温丽却是暗讽，合作吗？看了下自己身边木讷的宋，开玩笑呢，我们根本没有合作过好不好？温丽想了想，如果非要选一部，那就末路狂徒吧。宋燕也回忆说道，九重岁玉灯。温丽望向宋燕，心里诧异，她居然看过那部。编剧老师布置着下一场的任务，就是以刚说的两部作品内容为主线，演绎剧中的名场面。两人像乖巧伶俐的小学生，纷纷点头回道好的。可是回到家，温丽就犯难了，宋燕的末路狂徒根本就没有什么男女对手戏。温丽狂喊，总不能让我演男的吧？宋燕劝说道，要不我们看看你那部仙侠剧。温丽不满意的转头问，我那么多剧，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宋燕按下遥控器，满脸堆笑说道，印象最最深刻啊，就看电视上播放着剧组挑选的九重岁玉灯的名场面片段，上来第一句就是温丽的台词，我会死的。温丽震惊，而宋燕却是笑靥如花儿。温丽一把抢过遥控器，迅雷不及掩耳的按了暂停键。宋燕看着冒着冷汗的温丽问道，怎么了？温丽思考了下说道，我真是演不来，当年演这段做了好长的时间的心理建设。宋燕看着剧本不以为然地说，当年都可以，现在的温老师对自己是不是太没信心了？温丽陷入纠结中，心想，当然是因为剧情太羞耻了。宋燕给温丽做的心理建设，你要实在担心我们就先演习一下，随手关掉摄像头，十分贴心地说，放心，不给他们看。监控室里的导演火冒三丈，试戏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看？又关摄像头，那我的收视率怎么办？试戏影视剧名场面勾起温丽的羞耻心，就看隐忍情愫的宋老师真的不太适合演道长。温丽没什么好办法，看了看剧本又啪的放下说道，那就开始吧。就看温丽饰演发情的雪雕幻化成人形，满脸按捺不住娇柔的喊了声道长，颤抖着身体祈求着，你帮帮我吧。半抚着宋道长的衣摆，精致的脸庞眼里都是期待。宋道长却是隐忍着转过头说道，你忍忍吧。就看温丽扮演的雪雕猛地抱住宋燕说道，忍不住了，试图去解开宋道长的衣服，呼出一口气，我会死的。剧情背景，如果雪雕发情期没有和雄性叉叉，便会血气上涌，气体不畅就嗝屁了。只见宋道长欲拒还迎，深情看向温丽，温丽还在说着台词，你们可是修道之人，救人就是积德，我可是在帮你积德呀。就看宋燕微微颤抖的手搂住温丽纤细的腰身，温丽确实提示，宋老师，这时你该推开我了。就见宋燕好似有些上头说道，对不起，可能我不适合演道士。温丽却是拍拍他的后背安慰道，演得挺好啊，心想着隐忍禁欲的表情就跟真的似的，不愧是影帝。随后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宋燕，问道，我们还继续吗？宋燕却是收紧了自己的手臂，紧紧抱住温丽，翌日看着粉丝们微博上讨论着，为什么人家小剧场都甜甜腻腻歪歪，我们严丽儿是拿枪护指啊。下面有资深人士回复，另一部好像没过审，猜测着难道有不可描述的剧情吗？温丽看着粉丝们的讨论，心里喃喃，我可是正经人好不好？回想试戏当日头疼抚额，宋老师紧紧地抱住自己，感觉到宋燕不太对劲。温丽问，你到底怎么了？宋燕磕磕巴巴地说，大概。随后停顿，把头深深埋在温丽的颈窝，继续说，发情了吧？温丽大惊，这家伙在说什么？娱乐圈的顶流夫妇从未同框，也没有影视合作，
自从参与综艺《人间有你》后，频频一同出现在大众视野，惊艳四方，满足严厉粉的各种幻想。慈善晚宴现场，宋焰温丽夫妻合体出席，温丽身着法国高定抹胸连衣裙，宋焰依旧温润如玉，英俊帅气，两人俨然是娱乐圈顶流界的金童玉女。现场的大咖们争相和严丽夫妇打着招呼，商业互捧和相互寒暄是晚宴标配。就当宋焰和温丽刚入座，一个夹子音不合时宜的响起，几位老师好。宋老师好久不见啊。温丽抬头，原来是自己的死敌郑雪。郑雪今天身着紫色的抹胸晚礼服，高挽发髻更为凸显自己的高挑身材，抛下个人恩怨不说，郑雪不愧是娱乐圈当红一线小花。就看她半副下身，貌似亲密的和温丽说着悄悄话，嘲讽的说，你哪来的脸就敢往这桌坐。温丽转头看向她，不屑的说，就凭我老公是宋燕啊。郑雪继续讽刺，除了靠老公你还有什么。温丽却是不急不恼的说，连老公都没得靠，你岂不是比我更惨。说着就喝了一口杯中的香槟。郑雪怒不可遏，却是被对得哑口无言，气哄哄的迅速走开。温丽对着他的背影举起酒杯说了声 Cheers， 心想跑过来让自己奚落活该。完胜舞台上当红女团成员齐思涵也是为你成团二的导师之一，精彩的表演过后进入采访环节，主持人问他在场的众多嘉宾中有没有你特别想合作的对象，思涵很是大方的回道，有呢。主持人继续 Q 问题，能说说是谁吗？如果是男艺人，粉丝会吃醋吧？思涵回道，不是男艺人啊，直播弹幕中也在讨论说我们韩寒老百合了。思涵脸上立刻出现一丝红晕，是温丽老师。镜头一转，聚光灯投射给了温丽，温丽立马挥手打着招呼，心想录制节目的时候齐思涵就说是自己的粉丝，当时还以为只是客套话，原来这孩子是认真的。温丽当然要爱自己的粉丝啊，热情回应，点头示意，还对台上的齐思涵比了一个小爱心。主持人继续加码，借题发挥，说到韩寒，你当着宋燕老师的面和温老师表白，不怕宋燕老师吃醋吗？镜头一晃，立刻给到了宋燕。宋燕帅气的脸庞，标准的微笑给出回应，弹幕直接给出评价，这就是正宫的气势。宋美人的潜台词，本宫还在，尔等终究是妃。晚宴现场将郑雪灰溜溜气走，又收获一个爱豆小迷妹，正宫的霸气显露无遗。思涵赶紧解释，我对温丽老师只有崇拜之情，没有掺杂其他啊。宋老师不要介意呢，满脸期待的看向温丽，继续说道，上次温老师在综艺上跳的男团舞特别帅气，如果有机会我想和温老师合作跳个我们团的舞呢。主持人不嫌事大，直接问道，那你要不要今天现场教他跳一个呢？温丽惊诧，指了指今天穿的礼服，希望主持人懂点事，这身能跳舞吗？工作人员立马递上话筒，说到今天的礼服实在伸展不开，我回家自己学吧，学好了给你交作业。主持人立马接话，那我们说定了，期待温老师的女团舞哦。温丽微笑点头示意，内心哭天抹泪，人在台下坐，活从天上来，这都是什么事啊。二楼的 VIP 包厢内，一个棱角分明商业巨鳄坐在老板椅上，俯视看着一楼晚宴上的一切。男人是新艺集团总裁温颖，李总讨好式的或温眼说，温总，话说这个女艺人和你还是本家姓呢，要不是嫁给百十的二把手宋燕，一会还能让她上来跟你打个招呼？温颖听着这不入流的话，冷声回道，既然是我的本家，李总还是少开这种玩笑。温丽拿着手机开始疯狂做功课，他们团的歌是什么风格啊？突然有一条信息提示，打开一看，小猫温丽立马吓得炸毛，随后栖身靠近宋燕，用能揉成水的声音喊了一声宋老师。宋燕真是不太习惯，这温丽又做什么妖？就听温丽继续说，夫妻一体，现在我有难，你是不是要帮帮忙啊？宋燕看着他问到什么忙，温丽直接将手机拿给他看，标注一个来自舅舅的信息，比起学跳舞还不如多抽点时间回家看看你老爷。温丽嗲声嗲气地问，见我舅舅和帮我跳女团舞，你选一个替我出面吧。宋燕立刻大感不好，将粘在自己身上的温丽推开说，见你舅舅。温丽恢复正常问道，你不选后面那个吗？宋燕单指杵着太阳穴说道，温老师，你如果再得寸进尺，我就一个也不帮。慈善晚会，温主子气走死敌郑雪，收获百合迷妹子，还领了两个任务。见舅舅和学女团舞。晚会结束，温丽挽着宋燕上楼的时候，发现自己那个绯闻对象陆明，正和英语自己有三分相似、外号小温丽的新生代演员谈笑风生。温丽瞥了一眼，心里不由暗讽：渣男就是渣男，走哪都渣。不再理会，转头和宋燕说：“让助理们出去等吧，我们上楼。”宋燕温和回复：“好的。”但是刚到包房门口，温丽就推着宋燕说：“你先进去，我舅舅不好意思骂你的。”宋燕想着这是拿自己当盾牌了，自己可没有那么大面子。可是温丽已经逃走，说去厕所了。VIP 包房里，空气冷凝至零度。温衍听不出情绪的问温丽呢？宋燕不卑不亢，回到洗手间。温衍随意的说：“宋先生这几年很是风生水起。”宋燕说着场面话，都是托温总的福。温衍却不吃这一套，说：“客套话说的真漂亮啊。”宋燕回击：“既然知道是客套话，那就听听就好。”转回正题，不知道温总找我太太有什么事要交代呢？温衍毕竟纵横商海，语气严厉警告道：“我劝宋先生不要插手我们家的事。”宋燕
燕却兴致缺缺，我对你们家的事确实没兴趣，但是温丽是我太太，我护着她天经地义。温燕喝了一口茶，蔑视的问了句，你护得住吗？宋燕认真的回道，比起你这个做舅舅的，至少两年前我做到了，这又有什么难的呢？温言冷哼，你这个外甥女婿真的是和十年前不一样了。回想十年前，宋燕还是一个青涩懵懂的少年，就想让温家放弃和百森父母的约定，把温丽交给他，但是他眼神异常坚定，而且他竟然做到了。慈善晚会，渣男聊茶女，捉奸捉到舞会现场，温丽再次陷入粉红三角纠纷。宋燕电话传来短信提示音，是温丽，她说遇上的温神暂时走不开。原来是郑雪。洗手间里，郑雪没好气地问温丽，你怎么还没走？温丽反问，你不也没走吗？却忽地被郑雪攥住自己的手腕。郑雪厉声问道，是不是你把我老公约到二楼来的？温丽用力挣脱，说什么胡话，要打架就改天，我穿这身不方便，离我远点。温丽用力擦拭着被她碰过的手腕，好似碰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看郑雪颤抖着身子，强忍着要落下的眼泪，委屈地说，之前咱们争资源那都是工作的事。温丽，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我必须承认你比我强，各方面都比我优秀。温丽正愣，和郑雪斗了这么些年，还真不知道她觉悟这么高，但随后猛地向后退去，惊恐问道，难道你文川了？郑雪没想到好不容易酝酿好的情绪就被温丽的不正经化解开了，愤愤地说，你听我说完，娱乐圈明争暗斗是正常竞争，你怎么可以插足我和陆明的感情？你扪心自问，你不丧良心吗？温丽看他袒露心声，也耐着性子说，我最后再说一遍，炒 CP 的之前剧组和我的经纪人一再和他确认，他明确答复自己是单身。郑雪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说到不可能。温丽郑重其事地和郑雪说，你老公就是很垃圾，他在外沾花惹草，还花言巧语地蒙骗你。郑雪冷笑，觉得温丽死不承认，遂问，既然你那么无辜，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温丽无奈，这郑雪真是油盐不进，说我在这有什么问题？二楼贵宾室你家包圆了吗？郑雪被气得脸都扭曲，说，我看到陆明上了二楼，跟上来就看到你，你还舔着脸否认。温丽实在不想再和这个无药可救的人再浪费时间，带着杀气转身就走。周身凌厉气质吓毁了郑雪，就看温丽走到包房前，用力推开包房的门，直直走到舅舅温衍面前，气势汹汹地伸出手，我知道你有办法拿到二楼所有包房的钥匙，帮我拿来。温衍冷声问道，温丽，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温丽故作柔弱说道，我敬爱的舅舅，你外甥女现在急需钥匙，证明自己没有给人当小三，你要不要帮个忙呢？温衍怒声问，谁把你当小三？温丽不想跟他废话，直接上前拉起他就走，一边走一边口不择言，平时看着挺利索的一个人，怎么关键时刻就萎了？话一出，逗得宋燕噗嗤一笑。温衍大怒，喊着温丽，我是你舅舅，把你那小太妹的语气给我收起来。一旁的宋燕开口问道，你拿包厢钥匙要做什么？就见温丽如同在世阎罗，回到捉奸。温丽再次陷入桃色纠纷，化身正义女神陪同抓奸。温丽凭实力拉着舅舅取到二楼包房通用房卡，并打听到陆明借用公司名义开的包房。郑雪不解温丽到底想做什么，可是自己就是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来到一个贵宾室室门前，温丽对郑雪比了一个晋升的手势，轻打开门露出一个缝隙，拉着郑雪上前，就听里面传来一个甜腻的女声，那你是喜欢郑雪多一点还是温丽多一点呢？而呈现在他俩面前的就是郑雪的老公陆明和素有小温丽之称的新生代演员，而女孩的玉腿环绕着陆明的腰身。只听陆明说，我跟郑雪早就已经七年之痒了。温丽吗？我确实很喜欢她，她很有个性，而且当她得知我有女朋友言辞拒绝我后，我就更欣赏喜欢她了，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传入郑雪的耳朵。陆明继续说，抓紧时间，一会我就得走了。里面的旖旎悱恻缠绵的画面让郑雪的身体不自主的颤抖。温丽对着她说，把手机给我。郑雪递了过去，可是还是担心的问，你想干什么？温丽说，你说呢，这种人渣你还要留着？郑雪却还在担心陆明的前途和事业，温丽却硬生生躲开了，帮你是因为这个难得太恶心，如果你想委曲求全，没人拦着你。郑雪却觉得自己替陆明想没什么错，因为他爱他。最泪眼婆娑的温，如果是宋燕变心，你可能还不如我。温丽说，宋燕吗？如果他变心，我就得给他进行物理阉割，而且你以为我看人的眼光和你一样差吗？郑雪是真的无言以对，转头又看向包房内的战况。是啊，是自己眼瞎了吧？一把推开包房的门，吓得里面的两人惊慌失措。郑雪看着自己爱了七八年的男人，他对自己做了什么，直接跪倒在地嚎啕大哭。而陆明还在垂死挣扎，解释说这个女人和两年前的温丽是一样的，都是他们勾引我的，而且我们只是逢场作戏，不当真的。温丽原本不想进去，可是听他说完径直走到他的身边。陆明又是一惊，还没问出口，温丽就不屑地说，原来你就是靠这个给你老婆洗脑的。只不过就将温丽一巴掌摔了过去，狠狠砸在陆明的脸上。你的渣男语录郑雪都听到了，转身对着泪流满面的郑雪说，你好自为之吧，为自己证明结束。温丽把房卡放下，说了声谢谢舅舅。温衍诧异，这外甥女重新读新华字典了，居然会和自己说谢谢了。温丽接着说，但是今天的事不算我靠家里关系解决事情，你不能以这个理由逼我认输回家。转身就要迅速逃走，却听舅舅说，行了，做你的明星吧。温丽正愣，什么时候舅舅这么好说话了？温衍抬头正色说，有空多回去看看你老爷。温丽想着这个好办，轻松和舅舅告别，回到好妹。
桃色事件渐渐落下帷幕，温丽自封是宋燕的女神，心中唯一的存在，不巧又被本尊听取。郑雪在停车场等着温丽的出现，告诉她自己已经打算放弃陆明。温丽说这将是你最明智的决定。郑雪说曝光前先和你打个招呼，怕误伤了你。温丽表示知道了。郑雪不甘的低下头问，你看着我现在的下场是不是觉得很爽？温丽却很坦荡，那倒不至于，你落得现在这样完全是因为你的恋爱脑，但是在你和那个渣男之间我更讨厌他。郑雪满眼的泪水表达着，可是我真的很爱他。温丽火大，真的想扒开这个脑袋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郑雪正色道，我不知道你和宋燕到底是不是假夫妻，但是我问你，如果是宋燕出轨，你能说出就地物理阉割的话，证明你根本没那么喜欢宋燕。温丽一惊反驳道，谁说的，你自己恋爱脑。剩下的话没说出口，随后又看了下郑雪，饱含深意的笑了笑，擦身而过时，温丽平静的说，你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事吧。转头冷厉的口气说道，我那么说是因为我知道宋老师是爱我，爱我爱到无法自拔那种，他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其他女人了。随后大步流星离开。回去的路上，温丽温柔似水的眼神看着宋燕，心里暖暖的，宋老师才不是那样的人。随后贴近宋燕，感受着她的呼吸说道，没睡熟的话就把眼睛睁开。就看宋燕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说到你的目光吵醒我。温丽心想，明明就是自己没睡着还不理自己，没好气的说，那不好意思啊。宋燕乖巧的摸摸温丽的头说道，没事，我不生你的气，一本正经的说，毕竟我爱你爱到无法自拔，心里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女人。温丽面红耳赤，副驾驶的文文一个没绷住，直接笑出声来。温丽喊道，谁让你偷听我说话。温丽惊惧，她活着就是惊喜，三天下不来床，爱自己爱到无法自拔，不料宋燕本尊全数停去，温丽原地射死。夜晚回到家里，洗漱完毕的温丽坐在床上，还想着郑雪说的话，但是为什么自己就是如此笃定宋老师不会出轨呢？此时一个水杯出现在自己眼前，宋燕问在想什么呢，温丽磕磕巴巴，啊就是，瞬间换了一个面孔，满身火气炸开，就是想起陆明那个人渣啊，出轨还找个和我有点像的女演员，虽然他不及我的十万分之一，可是他毕竟有小温丽的外号，我真的。随后转头邀功道，不过生气归生气，我今天教训渣男骂醒了郑雪，还替你说话了呢。宋燕不懂怎么忽然就炸开了，平静说道，是吗，那谢谢。温丽却不满意宋燕的态度，怎么你不相信吗？郑雪说，如果你出轨我也会像他一样，我直接反驳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也听到了吗？宋燕轻笑，那么信任我吗？那如果我真的出轨了呢？温丽一愣，真出轨吗？是啊，我们只是协议婚姻，我好像真没有什么立场和理由教育你。宋燕一阵无语，温丽又开始犯迷糊了，揉了揉她的头说，睡觉吧，都三点了。随后熄灯，宋燕闭眼就要睡去，可是温丽的眼珠瞪得溜圆，转头又看了看宋燕，那我刚刚的话不就是告诉他你出轨也没事吗？那如果他真的听进去了怎么办？随即打开台灯，用力啪啪地打着宋燕英俊的脸，醒醒啊宋老师。宋燕不满问道，温丽你要干嘛？温丽赶紧解释，我说完的，我再说两句，就是我们虽然是协议结婚，但是你还是不能在这期间找别人。温丽摸摸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随后还解释，当然喜欢谁是你的权利，我也管不了你。不然灵机一动，对，我意思就是别分开的时候闹得太难看。宋燕愣住，大半夜不睡觉就会说这个。温丽还在喋喋不休，貌似很努力地说服宋燕，不得被宋燕一把搂进自己的怀里。宋燕握紧温丽的颈窝，问到，你说这么多你口不渴吗？手上加重了些力道。温丽感受着温热的气息。宋燕说，你就直接说，宋燕你不许出轨。深夜不睡觉的小打猫啪啪啪打脸影帝宋燕，语无伦次的编着对方不能协议出轨的理由。宋燕一把抱住他，告诉他只需说宋燕你不许出轨就好。温丽好像被宋燕树立了正宫地位，脸红脖子粗的不知所措。宋燕却是扑哧的笑了出来，笑得温丽又开始内心焦躁。宋燕继续拍拍安抚，我答应你啦，不找别人。温丽得到肯定答案才展露笑颜，对吗？这才是宋老师该有的态度，得意忘形的告诉宋燕，宋老师我都跟郑雪说了，如果你敢出轨立马就地阉割。宋燕当场石化，这女人是真狠的。四日清晨，温丽看着热搜上陆明的公关造谣，狠批郑雪，还想着给渣男留活路，就是让他有机会把自己逼上绝路。对方已是泣不成声，快把实锤证据放出来吧，不然你自己的前途都毁了。就看郑雪和温丽同时爆出证据，两年前陆明的渣男行径恶心表白，郑雪也向温丽道歉，并放出陆明的劈腿图，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正义讨伐，为温丽承受的两年不白之冤喊屈。刚起床的宋燕就听到客厅里开怀大笑的声音，看着温丽还转发评论了郑雪的微博，想着小猫咪对这件事终于能释怀了。而温丽却陷入了另一个思考，原本人间有你就是赌气参加的，现在对手没了，那自己和宋燕。看着突然又唉声叹气的温丽，宋燕关心的问怎么了，温丽却避重就轻说行程太满有点心累，宋燕劝说累就少接点。温丽想着那要不要退出这个夫妻综艺呢，可是如果退出自己和宋燕一起的行程就没了，又回到之前不会同框，没有合作也没有捆绑名业，是不是真的要面对协议到期各奔东西啊？可是为什么自己这一想到这就好难过好难过呢？
桃色纠纷正式落幕，正义可能会迟到，却不会永远缺席。温丽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惆怅，想着退出综艺，自己就要和宋燕各奔东西。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难过。看着神经大条神游的温丽，宋燕温柔地喊了一声温老师。温丽抬头，不知何时宋燕已经坐到了自己身边。温丽还没回答，宋燕就扶住温丽的头，将自己的额头凑了上去，想着是不是昨晚折腾得太晚，着凉了，静静地用自己的额头感受着。说到也没发烧啊。温丽近距离地看着宋燕，只觉无法呼吸，迅速后退，磕磕巴巴地说没事。宋燕觉得温丽最近可能是真的累到，虽说钱是赚不完的，不然叫你经纪人过来商量下吧。温丽心想，明明两年前发誓再也不会用炒 CP 的方式制造热度了，现在又要用这种方式和宋燕捆绑一阵子，自己想的应该就是想多赚点钱吧。经历了天人交战，温丽缓了缓心神，说决定好了，累点就累点，不推了。宋燕问，你确定身体吃得消吗？起身就去取热水。温丽展示自己打了鸡血一样的战斗力，说到赚钱使我快乐，我可以的，心里给自己找补，对自己才不是舍不得宋老师，我就是个快乐的贪财小女子。慈善晚宴，人在台下坐，活从天上来，答应小迷妹粉丝的事，说到就要做到。舞蹈老师教学很负责，从动作到表情，还教温丽找找16、7岁情窦初开的时候的感觉。温丽硬着头皮装可爱，心里直喊救命啊！努力找感觉的温丽累得虚脱，喘着粗气原地休息，给文文这个新兴人类发过去，看看有没有小女孩的味道。文文直接给剪出一个超可爱的合集视频。温丽感叹，小孩的世界他已经开始不懂了。不过这视频还真是不错，准备让宋老师看看有没有自己16岁的风采。采访录制现场的宋老师接到温丽的微信，还得让自己走远一点，找个没人的地方。等了半天，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温丽内心喃喃，这是要拒绝自己吗？忽的就看见宋燕的回复，是给我的福利吗？温丽脸红的跟个大柿子，心想宋老师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大变态啊？拒绝和变态说话，转头去找纯情少年，给备注为兔崽子的弟弟发了过去。为你成团的弟弟徐丽正在午休，看到姐姐温丽的视频，冷汗直流，都多大年纪了还装嫩，秒回不要给阿燕哥看，你祸害我一个就够了。温丽怒气上升，直接开火，毫不客气的回怼，没眼光的狗东西，你怎么知道宋燕会不喜欢？弟弟徐丽不甘示弱，回道我可是有事实依据的，阿燕哥给我补课那阵就展现了和我一样的高级审美标准，你不会忘了吧。温丽才不管什么现实不现实，直接人身攻击，你主题曲会跳了吗？舞蹈白痴，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把脑子落在咱妈肚子里？温丽嗡嗡嗡嗡疯狂输出，想着他俩的眼光真的一样，那到底要不要发给宋老师啊？女团舞的视频想着发给协议老公，协议老公一句变态的回复打消了他的念头。回想十年前的类似情境，还好没有把视频发给他。宿舍里的小伙伴听见徐丽刷视频，遂问是谁的。徐丽没好气的说温丽的。小伙伴直接八卦，原来你是他的粉丝啊。那最后留下来的会和导师有个合作舞台，你是不是期待和温丽老师来个情侣热舞？看着徐丽捂着嘴有些不舒服的样子，遂问兄弟你咋了？徐丽说你别说了，我想吐。夜晚宋燕看着手机，想起白天徐丽给自己发的微信，说他姐给他发了一个辣眼睛的卖萌视频，还说阻止了温丽祸害自己。宋燕转头问装睡的温丽，温老师到底是什么视频啊？温丽没有答复，反而想起了徐丽下午嘲笑说宋燕和她有着一样的审美，好像是有那么一次她问宋燕学长好看吗，宋燕轻描淡写的回了两个字一般，心想还好没给她看。哎，思绪回到了十年前，温丽穿着刚买的清纯可爱的小拖尾晚礼服走进弟弟徐丽的房间，问老弟姐姐好看吗？就听小徐丽说不好看。温丽一个暴击攻向弟弟的脑袋，就要走出去的时候才想起还有给弟弟补课的学长宋燕，遂叫了声学长，满脸期待地问你觉得我好看吗？宋燕这才敢抬头看他，可是抬头的瞬间又转移了视线，极其不好意思羞红了脸，说了两个字一般。本来温丽就对这词不满，可是一旁的弟弟还帮忙解释，一般就是不好看的意思，嘲笑的声音震耳欲聋。而宋燕在一旁还在假装看书，偷瞄着满脸怒气走出去的温丽，宋燕才敢直视他的背影，真的很好看。内娱追星第一人，追星追到夫妻宗。温丽回想十年前被嘲笑的羞愧场景，死都不想以那个形象再次面对宋老师。女团爱豆齐思涵搭档严者参加人间有你凑实习夫妻，直接追星追到了夫妻综艺。温丽看着齐思涵的微博艾特自己说他来了，忽又想起答应他的女团舞，接着就看见网友们的脑洞大开，全是艾特宋老师的。希薇你老婆要搞百合了，头上一片草原飘。洗漱完毕的宋燕看着眉头紧锁的温丽，问道在看什么呢，随手拿过手机，温丽赶忙捂住，说道就是齐思涵官宣参加人间有你做的互动，你不用理会了。随后迅速做好，貌似不经意地问宋老师，平常你不看男团选秀综艺吗？宋老师一副出水芙蓉状，平常不看，但是如果温老师希望我看的话。温丽就怕他说要看，一掌盖住宋燕的嘴，回绝道不用，请宋老师一定坚持原则。宋燕扑哧一乐，抓住温丽的手腕说好的，为你成团的后台。温丽身着卡哇伊的少女士，扎了两个蝴蝶小马尾，不自信低掐了一下自己能滴出水来的小脸。文文兴奋地喊着姐你也太好看了，我帮你拍个照片发微博吧。温丽连忙摆手不要不要，文文嘟嘴这么可爱为什么不要啊？温丽满脸冷汗，羞耻心上头，说到你不懂。回想自己十年前的窘境，好不容易使出浑身解数求导演不要把这段放在正片里，这个时候再发微博，这不是让自己公开处刑吗？
半夜加别人老公微信拉他进组，抢高定礼群计划失败。目中无人的小师妹又来搞事情，殊不知宋老师的眼中只有温丽。许星月推门进化妆室，问道：师姐，你准备好了吗？温丽一愣问道：导演催我了吗？许星月在一旁的椅子上一坐，不客气地说：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不怀好意地问道：师姐，今天宋燕老师会来录制现场吗？温丽可是还没忘他半夜加宋老师微信的事，警备地问道：不会，怎么，你有事吗？许星月失望地摊开手，叹了口气，说：那些练习生还希望你跳舞的时候对着宋老师，那不是更有感觉吗？温丽却满脸黑线：宋燕来干嘛？看我被处以极刑吗？许星月绿茶上身说道：我想宋老师也不会因为师姐跳个舞就改变自己行程特意赶过来吧。温丽满脸焦急地问：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来不来？许星月摇摇头说道：导演组没接到通知，不会来的。温丽立马站起，稳定心神说道：你下次说话能不能挑重点，吓死我了。他的一声摔门而去，只留下许星月轻轻皱起，不可思议，怎么宋老师不来？他好像如释重负。舞台上灯光闪烁，全场安静如斯，温丽还做着心理建设，都是为了工作跳个舞吧。此时舞台下人群中多了一抹身影，是宋燕。他把鸭舌帽压得极低，就听面光灯旁的全数打开。温丽俏皮可爱，又唱又跳又纯又欲，台下的呐喊声不断喊着温丽的名字。温丽对着台下可爱的眨眼比心，无奈眼神太好，一眼就扫到人群中那最帅的宋燕。歌词中的慌乱无措也真的让温丽慌乱，两人四目相对，时间仿佛为两人静止了。有原则的宋燕说自己从来不看男团选秀，温丽有过一次被嘲笑的经历，更是不想宋燕来看自己的女团舞。马路上车水马龙，为你成团特意邀请安排宋燕去突袭探班。车上导演组问宋燕：宋老师期待温丽老师的女团舞吗？宋燕温和回答：很期待。导演组故意制造话题的问：宋老师，温丽老师在男团选秀节目里当嘉宾，周围全是活力四射的男孩子，宋老师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危机感啊？宋燕却是十分自信的微笑回复：我想除了年纪，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吧。导演组对宋燕说：我可听说有不少练习生跟宋老师年龄相仿呢。又开始给宋燕下套，我们给你也备一套练习生的制服，你试试，顺便还可以跳下那个舞呢。宋燕可不往这个圈套里钻，直接回绝：不要，扎透导演的小心思。导演组亲和掩饰下尴尬，继续劝说宋老师：你的偶像包袱太重，你看看温老师女团舞说学就学，虽然根本不适合他。宋燕不理会他，看向窗外说道：我没觉得不适合他。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学生时代，宋燕正在走廊走着，忽然从侧面钻出一个人，稚嫩的脸庞，高扎的马尾，彩色的小夹子。温丽穿着校服，摆出一副小老虎的姿势，还哈了一声。宋燕一时被无处不散发着可爱因子的温丽所吸引，久久未回过神来。温丽也是尴尬的直接僵在原地，说着：你和百森哥差不多高，而且还一样穿着校服，就差说我认错人也是正常的，不能怪自己哦。宋燕却是宠溺的看向他说，跟着猫似的哈来哈去：除了百森你还能吓到谁啊？温丽庆幸原来没吓到啊，虽说哦，那你好厉害哦。温丽在台上唱跳俱佳，一眼就扫到人群中最帅的面孔。宋老师，你真的是来看我处以极刑的吗？回忆中的温丽吓错人后急急忙忙地跑开了，刚跑两步就看到百森。百森一看就知道温丽肯定是躲起来又想吓唬自己，温丽还矢口否认自己才没有。百森直接敲了一下温丽的脑袋，温丽不满地说：你这人怎么还动手打人呢？陷入回忆的宋燕被导演组提示才缓过神来，因为路上塞车好像已经开始了。宋燕走进录影棚，鸭舌帽压得极低，温丽在舞台上俏皮可爱，此时又唱又跳又甜又欲。宋燕不禁又看吃了，温丽总能不经意地撩拨到自己，就看温丽甜美的唱着，朝我投来微笑的那一刻，眼神直接锁定台下那俊俏的脸庞，瞬间脸红，表情也慢慢的不自然起来。而此时的宋燕心中如同有一只慌乱的小鹿就在乱撞。主持人来到宋燕身旁做起了采访，观众席和参赛的选手看见宋燕都觉得很是惊喜，自己真的见到男神了。采访过后，主持人和宋燕才发现舞台上有些脱力的温丽。宋燕走上舞台奔着温丽而去，温丽也抬头看向宋燕，她真的来了。就看宋燕伸出手就要扶起她，可是温丽羞耻心上头，自己直直站起，接着连连后退。宋燕不满问：你躲什么啊？温丽实在不知怎么回答，心想：你这个没有原则的人，说好的不是不来吗？而舞台下的人开始起哄，齐齐喊道：温老师害羞了。只见俏皮可爱的温丽确实是满脸通红，自己好像真的是害羞了。温丽在台上唱跳俱佳，可爱眨眼比心，活脱脱的女爱豆实锤，直击影帝宋燕的心尖尖。舞台上主持人对突袭探班的宋燕进行采访：宋老师，你觉得温老师的女团舞怎么样？宋燕夸奖道：歌声好听，舞蹈也很有青春活力。温丽害羞的转过头去，舞台另一侧喊着：谢谢宋燕老师，这是我们团的歌呢。宋燕笑笑：跳舞的人更可爱呢。台下一片起哄声，尴尬的温丽就想找个地缝，想着这宋老师你一枪毙了我吧，给我来个痛快。探班结束的宋燕没等节目录制结束就先回家了，来到卫生间听着水流流淌的声音，双手接着冰冷的水流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脸，直到让自己冷静下来。回想着探班现场自己喃喃：还好没有让他看到自己失态的样子。这边为你成团的后台，温丽接受录制结束后的专访，工作人员问温老师：今天宋老师突袭探班有感觉到惊喜吗？温丽瞬间失控，以失去面部表情管理功能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到：为了节目效果也不能这么恶搞我啊。随后摆摆手说：以后我再也不会跳那种女团舞了，打死都不会。
工作人员却说可是宋老师很喜欢，还说很可爱呢。就看温丽一本正经的说，那是宋老师给我留面子呢，他心里肯定笑话我了。工作人员一脸的不可置信，不会吧。回到家门口的温丽实在是不知道以什么表情来面对宋冕，遂慢慢的推开房门，像做贼一样向里张望，并未发现宋冕人影，心里又开始傲娇，我自己的家我怕什么啊。舞台上获得宋念的大家赞赏，台下觉得他就是个神级演员，心里不知道怎么笑话自己。回到家没想到有彩蛋等着我们，温丽像做贼一样缓慢推开门，没看见人，哒哒哒的跑了进去，打开阳台门，打算躲进去再观察下敌情。刚踏进阳台，就听一个磁性声音问：“你回来了？”字还没问出口，温丽就砰的将阳台门关得严严实实。宋念好笑的敲了敲门，温丽没好气问：“干什么？”宋念回道：“我们聊聊。”温丽低头有点怨气的说：“我才不跟你聊，你和节目组联合搞我没找你算账，已经很大度了呢，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宋念深呼吸了下，随后呼出一口气说：“好吧，我消失。”就看宋念直接转身，温丽这才松了口气。可是宋念却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忽的转身，奋力拉开阳台门，双臂张开扑向温丽，直接将她扣在自己怀里。温丽面对宋念突然的靠近，有些不知所措，问到：“你想干什么？”脑洞大开的问：“你不是想把我从阳台上推下去吧？”宋念轻笑，这小猫咪的脑回路就是清奇。问到：“是你是消失的他看多了吗？”温丽本就憋得小脸通红，又看到宋念的轻笑，怒声问：“你笑什么？”宋念一手扣住温丽的腰，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说到：“我笑你是个傻瓜啊。”温丽还想反驳，可是嫩红的小嘴已经被宋念所覆盖，挣扎了两下无果，也随之放弃，感受着宋念的贪婪与热情。温丽也放松回应着，这边的导演组不干了，怒吼道：“当时谁安的摄像头啊？为什么不在阳台上也装上一个？”温丽回家偷偷摸摸四小偷，被宋念抓包，直接扑在阳台，暧昧亲亲，花瓣显得有些不懂事了。经过小打惊事件的温丽忽地推开宋念，小声说：“有摄像头啊。”随后假装山峰走进屋里，掩饰亲亲后羞红的脸，还说着：“暑假还没到，怎么就这么热？”镜头前的导演组一指画面说：“这他们刚才是吵架了。”导演却深谙演艺圈之道，肯定不是，温丽是综艺大咖，绝不会真的因为宋念探班而生气。导演立刻福尔摩斯上身，继续说道：“而且我有种强烈的直觉，我们错过了很重要的画面，而我们的温同学因为害羞躲在卧室盘腿而坐整个下午，直到听到门铃的叮咚声。是人间有你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来了，说趁着今天拍摄结束不安一下阳台的摄像头。”温丽和宋念面面相觑，难道是节目组发现了什么？宋念情何逃避尴尬，温丽则是收紧帽子耳朵掩饰慌张。片刻后又齐齐跟安装完摄像头的工作人员挥手拜拜，直到听到砰的一声关门声，温丽的假笑还未停止。宋念转头看向温丽，想着温老师是被点笑学了吗？温丽感受到宋念的目光，边笑边战略性后退。宋念察觉到温丽应该是还在害羞，遂美滋滋乖巧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箱。温丽整理好心情，走上前说：“宋老师，你得向我道歉。”宋燕不解问：“道什么歉？”温丽双手抱胸说道：“你想想，如果下午阳台有摄像头，节目播放出你的禽兽行径，你知道这会有多大影响吗？”宋燕继续问：“什么影响？”温丽想了想，心中慌乱，小鹿乱撞，光天化日你对我那什么。宋燕看着她不知所措的可爱模样，不由得笑出声，随后站起掐腰俯身问道：“那什么，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吗？”温丽一下子被问住：“是啊，会有什么影响呢？”阳台上被协议老公拥吻，害羞躲在卧室一下午没出来，事后觉得哪里不对，就想要宋燕跟自己道歉。宋燕满脸落寞，委委屈屈的样子说：“那些和你合作过的男演员，温老师也让他们道歉过。”温丽炸毛说道：“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是剧本，那是演戏啊，你这叫占我便宜好不好？”宋燕感受到小猫咪的炸毛，遂说：“那好吧，我道歉，为我下午的行为道歉。”温丽一愣：“咦，他怎么这么快就道歉了？自己还没说够呢。”想想说：“那就算了吧，我原谅你了。”转头就要进卧室，却一把被宋年拉住，随后按坐在沙发上说：“等等，我还没道完歉呢，别着急走。”温丽不解问：“不是说完了吗？”宋燕摇摇头说：“除了今天还有呢。”宋燕回忆着之前每一次碰你，上次录节目偷吻你，从头捋的话，第一次是喝多了酒那次。宋燕的嘴瞬间被温丽的双手捂得严严实实，而两人都没有动。记忆拉回两年前，两人参加了一场没有果汁的酒会，都有些酒醉，而宋燕早已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温丽好不容易爬上床，直接扑到宋燕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了下去。而宋燕忽地被怀里多了一个人惊醒，摇了摇温丽说：“醒醒啊。”温丽努力睁开朦胧的醉眼，两人对望着对方漂亮的眼眸，逐渐迷失。宋燕问：“可以吗？”温丽迷迷糊糊中点了点头，一声学妹淹没在以你爱意的漩涡里。温丽想到这，更是用力地捂住宋燕的嘴，说着：“我不用你道歉了。”“不用了。”宋燕抓住她的双手问道：“是原谅我了吗？”温丽转过头说：“宋老师，你的脸皮太厚，我不原谅还能怎么样？”宋燕看她被迫投降的可爱模样，笑呵呵地说：“知道就好。”这一局宋燕完胜。阳台上的名场面逃过了摄像头，两人过招追忆两年前，梦幻羞羞，温丽直接败下阵来。导演觉得错过了很重要的镜头，精神状态让人堪忧，直呼荣城拍摄一定要捕捉到出彩的镜头。这边温丽来到衣帽间，准备外地拍摄的服装，一眼看到宋燕的衣服，想着她穿浅色的衣服好看，深色系的也好看。此时宋燕忽地凑了上来，柔声问：“你说我带哪几套呢？”温丽麻利的指着：“就这个还有这个吧。”宋燕乖巧的拿过温丽指过的衣服，温丽瞬间脸红，怎么感觉好像是真夫妻一样，看着转身就要出去的
宋燕。温丽一把扯住他的衣袖，宋燕回头，温丽说：“你也帮我挑挑衣服啊。”宋燕微笑着答应：“好啊。”就见温丽穿了红色短裤，配了一个竖纹公主衫，俏皮可爱，又换了一个牛仔短裤，上衣是一件长袖锁骨绿色抹胸，青春靓丽，又换了一套吊带百褶连衣裙，天真清纯，仙气飘飘。每一套温丽都会问：“好看吗？”这套呢？宋燕的回答也很标准，嗯，好看，不错，都戴上吧。温丽不高兴，这明显就是很敷衍的回答。所以说，你干脆让我把家都戴上得了。行了，我自己挑吧。刚要转身，却被宋燕一把拉住。说到温老师，来回跑不累吗？直接在这换吧。温丽却不解了，问你在这，我要怎么换啊？宋燕问，为什么不能啊？温丽对这个流氓问题直接羞红了脸，问你说呢？宋燕却是眼神迷离，摇摇头说不知道。温丽直接抵住宋燕的唇说，别装，撒谎鼻子会变长的。宋燕展露迷人的微笑说道，我的鼻子不会变长，但是。就见宋燕轻咬温丽的指尖，忽地站起拥她入怀，说道，但是其他的地方会。参加综艺的协议夫妻渐入佳境，如胶似漆，男团舞女团舞都展示过了，下次来个街舞再试试。一个小时的阴影温柔后，温丽裹着被认真地问着，刚刚试的那几件衣服你说到底哪件最好看？宋燕解释说自己真的觉得每件都好看。温丽又要炸毛，说到必须选一件。宋燕认真思考说道，你上午录节目那套就很不错。温丽后退说，你居然喜欢学生装，果然够变态。宋燕看向她受惊的表情问道，这就变态了吗？温丽用手杵着脸颊一本正经说道，化妆师可说我今天看上去年轻十岁，那就是16岁。你喜欢我未成年打扮，可不就是变态吗？宋燕垂下好看的眼眸说，那就是吧。温丽又凑上前问，你真觉得我穿那个好看啊？不觉得装嫩吗？宋燕摇摇头表示没觉得。温丽又开始变身傲娇猫咪，那就是我今天的舞姿，青春洋溢，不违和了。宋燕认同，乖巧的点点头。温丽继续说，我跟你讲哦，那个舞蹈对我来说就是毛毛雨，我还会好多舞呢。接着在背里一顿踢，说我街舞跳的老帅了，下次你当飞行嘉宾再跳给你看啊。宋燕宠溺的笑着说，行吧。听着语气并没有那么兴奋。温丽从背里钻了出来问道，你不喜欢街舞？那你喜欢什么舞种啊？宋燕想了想说道，我喜欢。随后慢慢靠近温丽，两人越靠越近，就听宋燕说，我喜欢。温丽憋得脸色羞红，怒吼着，果然是个变态，因为宋燕说的是脱衣舞。严丽夫妇脱离摄像头，肆无忌惮。节目组无人眼球无剪预告片，粉丝们脑补浮想联翩，转眼到了荣城去拍摄《人间有你》。镜头前的温丽控制不住洋溢着笑容，摄影师全程拍摄，问到温老师看什么呢？这么开心？温丽说在看为你成团的预告片啊。拍摄组问温老师看自己跳舞是不是特别开心？温丽故作扭捏的说不是哦，是他们非逼着我跳的呢。镜头一转，又开始向宋燕提问，宋老师对温老师跳女团舞有什么感觉？宋燕叹气，双手一摊，表示有点遗憾呢，因为没看够，后来再求温老师给我跳一段，他宁死不从。温丽涨红的脸喊道，喂，那是因为你让我跳脱。温丽差点脱口而出的话，不觉那不是这个场合能说的，紧急把话咽回去，一不小心就咬到了舌头，疼得啊的一声，捂着自己嘴发出呜呜的声音，想着怎么找补这句话呢。宋燕则一脸关心看向温丽，就当所有人各怀心思都用期盼的眼神看向自己时，温丽表情严肃正经说道，脱把舞。这一幕反馈到后台屏幕里，导演分析脱把舞，温老师又开始蒙骗人了吧，对神采奕奕安排这段脱字不要消音，后面的都不要了。工作人员一脸懵，这是为什么？导演立刻解惑，阴险的笑着，就是要让观众自己接后面的话才有意思。其他工作人员立刻秒懂，导演就是导演高啊。酒店里温丽做着面膜，一边看人间有你的先导片，果然还是被拍到了，弹幕里猜测着这是夫妻情趣，玩小学鸡捉迷藏吗？接下来的弹幕更是让温丽不淡定了，眼眼包温丽脱字出口不小心咬了舌头，直接被经验老道的导演下了钩子，摄像头捕捉到小学鸡捉迷藏。随后官方发布解释说明，观众直呼想要场务小哥的联系方式，让他一起感受下人间疾苦。温丽优雅喝起解暑神汤，暗自庆幸现在安上也没什么用，仔细阅读才发现弹幕里的一片哗然，居然还有质疑宋美人能力的。温丽满脑子问号，想帮宋老师解释略显有心无力了。温丽继续翻看着，怎么这段也放彩蛋里了？宋老师说想再看一段，可是他宁死不从。温丽瞬间炸毛，这也能剪啊？就听自己说，当时你让我跳的脱。随后黑屏，弹幕里响入非非。温丽触电般将手机扔了出去，这是什么节目组啊？自己的形象不要了吗？赶往录制的路上，助理文文还高兴地跟温丽说，姐你又上热搜了。看着虎狼之词的热搜，温丽满脸的冷汗，什么时候能有点正常用词的热搜呢？拍摄现场众多严厉粉已经等候多时，高呼三立宋美人，我们为你们扛大旗。人气超高的两人下车和大家打着招呼，此时人群中传来一个清脆声音问着，宋燕你到底让温丽跳脱什么舞啊？温丽不好意思地推了推宋燕，说我们快点走吧。宋燕看着她略显尴尬的小模样，拉住他的手说等等，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沉默了一会说是，随后将温丽揽入自己的怀中，说道是秘密。
荣城拍摄录制现场 ，PD 宣布游戏规则，主题是发掘荣城之美。温丽和宋燕挥手告别，规定夫妻两人只能用对讲机交流周遭环境，凭借默契和才智找到对方进行下一步任务。帅气的宋燕戴上眼罩，轻皱眉，不觉原来综艺这么复杂啊！十分钟后，工作人员提示宋燕可以摘下眼罩。宋燕环视四周，已经空无一人，就听对讲机的那头传来温丽的声音：“宋老师，宋老师，我是温丽，听见请回话。”Over。宋燕机械式的拿起对讲机：“我是宋燕，可以听到你在哪 ？”Over。就看温丽的周围全是围观的路人。兴奋地喊着是三立真是的美。温丽尽力描述我这边有位大叔摆了个糖画摊旁边还有个米粉店而宋燕听到的都是周围的声音三立可以合个影吗你是明星吗给我个名字我给你画个糖温丽看着大叔用名字做的糖画真的好好看虽说大叔能给我多画一个吗大叔和蔼可亲地说可以啊那你写纸上吧问这个是你什么人啊温丽不好意思的抿唇说是我老公大叔惊叹你这么漂亮找的老公肯定也不差温丽羞红脸接过两个糖画并表示感谢周围粉丝两眼放着小桃心是糖哦这真的是磕到眼里糖啊温丽一边吃着自己名字的糖画一边享受着粉丝的喜爱内心傲娇不断夸奖自己真是个营业小天才忽的余光扫到那时此时摄影师霍温丽同时转过头去就看到宋燕出现在商场外部的大屏幕上随后连线宋燕说道宋老师我就在荣城商场我现在手上可是有一串你名字的糖画哦你再过来我就要把它吃掉了那边宋燕很郑重地说不许吃那是我的温丽撅嘴不高兴道我要来的怎么就成你的了呢就听宋燕那边霸总姿态语气坚定因为你也是我的荣城拍摄温丽凭借甜美可爱的形象公关了两个糖画变身营业小天才宋燕霸气回应糖画是我的因为你是我的这边宋燕很快来到商场一下子就招到影帝粉的围观和欢呼宋燕拿着对讲机问道这么多人你没被认出来吗是不是提前清场吧就听对面传来温丽自信的声音我有伪装术哦听见宋老师这面嘈杂声越来越大最想起忘记提醒没有什么综艺经验的宋老师别引起什么轰动和围观担心道宋老师你先别进来在外面等等我去接你宋燕此时已经被热情的粉丝所包围宋燕无奈回到晚了我已经被围住了以往处事坦然的宋燕也有些不知所措试图找出一条出口却是异常艰难就在此时传来一个灵动伶俐的卡通声音喊道我来啦众人皆是一惊不由自主的对奔向他们而来玩偶装的小狐狸让开了一条道路就看小狐狸手脚麻利穿过人群来到宋燕面前宋燕惊觉就想躲开可是小狐狸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往人群外拉扯宋燕顺势就被拉了出去跟随小狐狸一起跑了起来周围的粉丝乱成一团高喊救命啊终于小狐狸拉着宋燕跑到停车场后面也没有人再追上来小狐狸弯着腰狠狠地喘夫妻宋燕还没缓过神来在一边直愣愣地站着小狐狸忽地直起腰眼球一上一下显得那么的智慧宋燕一脸懵这是什么意思小狐狸忽地好像想起什么自带 BGM 当当当拿下自己的狐狸头甩了甩凌乱的头发和镜头的汗水温丽阳光可爱地笑着说宋老师是我啊荣城拍摄温丽凭本事要了两个糖画宋燕找温丽会合被围观小狐狸玩偶乍现救夫小狐狸事件温丽视角温丽在荣城商场外熟练的藏匿身影努力护着手中宋燕名字的糖画好不容易要来的就怕晒化了此时就看到一个狐狸玩偶打扮的商场工作人员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温丽眼前一亮心想有了百米赛跑般哒哒哒跑过去节目组紧急通知摄像人员阻止温丽没有提前清场不要进商场可是摄像人员一阵无语看着用签名和合影租借小狐狸玩偶服的温老师只能汇报已经来不及阻止了节目组看着迅速换好玩偶服的小狐狸只好答应温老师是真的是懂综艺的哭得看自己代言珠宝的海报大摇大摆地走了上去观摩宋老师的代言哪哪都是自己知名度还真是有待提升随即调皮地和自己海报合影留念此时宋燕打来电话周围好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温丽才想起忘了提示宋老师要伪装自己顺着声音的方向向楼下看去大喊糟了哭的就向楼下跑去可是到了楼下看着宋燕被围在人群中自己却在人海外这可怎么挤进去啊只能大喊一声我来啦先转移大家的视线试试随后猛地拉起宋燕就向停车场跑去摘下狐狸玩偶头温丽调皮地说是我哦宋老师宋燕看着满是汗水的温丽像爱抚猫咪似的将她的凌乱的头发撩到耳后温丽享受着她的温柔说顺便可以帮我擦擦汗宋燕宠溺地说天这么热也不怕中暑这么厚重还跑那么快摔倒了怎么办关心中略带责备温丽气鼓鼓地说我不是没摔吗宋燕关切地说万一呢那么多人在踩到你温丽真的没考虑那么多听宋燕这么说低下头确实有些鲁莽可委屈地解释我这不也是为了救你吗为救夫伪装成狐狸玩偶老公自责自己怎么就变成被保护对象关心则乱情绪暴跌宋燕叹气道歉地说对不起温丽抬头宋老师怎么这么多愁善感呢最调节气氛无所谓地说你综艺上的少是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而且我有狐狸服呢摔了也不怕宋燕却还是很自责想着如果温丽因为救自己受伤随后抿唇还好没有温柔地轻视温丽额头上的汗水温丽笑盈盈地问宋老师刚刚可是我救了你哦你不谢谢我吗宋燕笑了笑说了句好伸手揉了揉温丽的头说道谢谢你我的狐狸小英雄温丽和宋燕来到商场经理室郑重道歉
事先未跟商场沟通造成了麻烦，商场表示还好处理及时，并要赠送两套玩偶服当给商场做宣传了。宋燕却推迟，感谢商场的好意，可是三分钟后就看宋燕扛着两件玩偶服走了出来，两人紧赶快跑地赶到节目组的任务地点，准备领取下一个任务，抽签选择抵达晚餐场地的交通方式。温丽拉了拉宋燕，说自己是飞球，玩游戏单抽从不出 SSR。 宋燕去一旁去抽球，温丽在另一边暗自祈祷，可是当打开纸条的一刹那，温丽直接僵在原地。宋燕不禁问道，是什么呀？两人慌乱了，居然抽到的是一辆脚动三轮车。温丽脑补自己无论是坐前面骑车还是在后面坐车，这画风咋想咋不对啊，迅速打散这些画面，忽地看见助理文文在收纳玩偶服。温丽脑子忽然灵光乍现，有了，两人手气爆棚，抽到了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显眼包温丽奇思妙想出主意，一副欧皇模样的宋燕刚想和温老师说，其实这个三轮车，忽地被一声宋老师所打断，就看温丽情绪高昂地喊着，我有主意了。随后一个青春靓丽女版玩偶小狐狸自带 BGM 美芝芝的出场。宋燕盯着自己手中的另一套公版小狐狸许久，无奈温老师脑洞大开的神创意，可是自己的媳妇当然要宠，不情愿也要穿上情侣狐狸装，结果就是无论骑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围观的群众都在猜测这是有什么宣传活动吗？车上跟拍的摄像人员已经笑出了额声，宋燕则是内心冒着冷汗，身上冒着热气，只有显眼包温丽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主意简直好极了，还鼓励的拍拍宋老师说，没事的，没人能认出我俩。见宋老师并未答话，温丽立马站了起来问道，怎么了，不高兴了吗？宋燕提示快坐好，没安全带还乱动。马路一侧交警唐警官正在直播录制安全交通的节目，在线及时发现违规操作加以指导和教育。这才刚开始，好像有什么不明物品从镜头前飘过，唐警官一回头定睛一看，是一对狐狸夫妇骑着三轮车吗？瞬间给镜头前的观众翻译，我看到了什么，前方是一个大狐狸，目测是公的，拉着一个小狐狸，应该是他老婆，这种三轮车是不可以坐人的，我们上去好好给他们扑扑法。遂操起喇叭大喊，前面的三轮车，温丽直觉性回头，想着他喊的是谁，就看交警一边喊一边向自己奔来，宋燕却是紧急刹车，温丽拉了拉宋燕的右手，低声问道，我们是不是闯祸了呀？显眼包奇思妙想穿玩偶服骑三轮车，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真是聪明课代表绝绝子，不料宋老师在前面骑，后面交警拿大喇叭追，前面的三轮车赶快停车，宋燕紧急刹车，温丽才后知后觉自己是不是闯祸了。拍摄组看到被交警盘查的严厉夫妇，赶紧联系节目组的导演，交警唐警官摆出一副亲切和蔼的表情，可不知紧张的温丽已是慌乱的一批，心想自己这是犯什么错误了，把警察都招来了。唐警官轻咳两声打着招呼，两只狐狸中午好，老北京似的问候，吃了没啊？温丽实在搞不清楚，遂歪头看向他，说正要去。唐警官继续，那耽误你们用餐了，知道为什么叫住你们吗？温丽扶住厚重的狐狸头摇摇头，逗得唐警官哈哈大笑，对着镜头说，这小狐狸还有点呆萌呢，问你们是夫妻关系吧。温丽向宋燕的怀里靠了靠，宋燕回答是的。唐警官问，那这位狐狸老公，你让你的狐狸老婆坐在后座这种危险的地方，这难道不是你的亲媳妇吗？宋燕还未回答，温丽霸气护肤，我当然是他亲媳妇，是我主动坐这的，跟他没关系。唐警官感叹，不错，这是真爱呀。随后义正言辞拿着大喇叭开始普法，本来这三轮车后斗就不能坐人，你老公还带着那个厚重又挡视线的头套，这在车水马龙的路上是多不安全啊。温丽和宋燕对视一眼，心中暗自点头，原来如此啊。唐警官问到，现在你们知道做错了吗？两人齐齐站好，就像小学生一样疯狂点头承认错误。唐警官主要也是为了安全教育，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可以把头套摘下来了，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真面目吧。两人霎时僵在原地，原本穿这套衣服就是为了不被大家认出来，现在摘下来岂不是原地射死。唐警官安全教育后，要求狐狸夫妇将头套摘下来，温丽连连后退，解释长得太丑怕把警官吓到就不好了。唐警官表示没关系，遵纪守法的人最漂亮。此时摄像组的工作人员过来解释，道歉是节目组的问题，这两个嘉宾平常也没坐过三轮车，但是还是要求两位老师摘下头套，之后节目播出大家也会知道的。两人脸色苍白，尴尬的拿下头套，温丽想着入行头一次这么丢人，还连累了宋老师和自己一起，宋燕和警官道歉添麻烦了。唐警官打趣，你老婆不诚实啊，这要是丑那我们怎么活？温丽转头找补，人民警察是最美的，逗得警官哈哈大笑，又叮嘱以后可不能把亲媳妇放在危险的地方。宋燕点头回复，记住了。录制结束，节目组安慰严厉夫妇，你们在荣城知名度又进一步扩大了，也算是件好事，夫妻俩齐齐射死扶额。温丽说，那也要看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吧。节目组继续，要不你想想热搜都不用花钱买了，是不是很划算？温丽彻底绝望，还心心念念地问道，那省下来的钱给我吗？可是一下子又捕捉到重点，拿起手机想着，不会现在就上热搜了吧，还真是，就看严厉吧，路人拍的道歉照，质疑夫妻俩怎么都没有常识，学历都开始怀疑是造假。温丽只好求救丹姐，
随后人间有你官微发了道歉声明，唐坛交通也发了节目预告的官微，文文提示温丽安心直播，丹姐已经做好公关了。温丽整理心神，让自己从这件乌龙事件的阴影里走出来，准备上线直播，和粉丝解释宋老师有点小工作处理，马上就来。可是满屏都是让他去看交通节目的弹幕，温丽冷汗直流，想着好的坏的都要接受。点开一看，屏幕赫然写着《狐狸夫妇历险记》，温丽一口水没咽下去，全数喷了出来。虽然心里有准备，可还是宋燕刚好打完电话，就看见咳嗽不止的温丽，上前帮他敲敲背，顺顺气。凑近温丽问道：“是冷了吗？我给你拿的毛毯吧。”转身就要去取毛毯，却被温丽一把拉住。宋燕不解回头，羞愧的温丽因咳嗽更显通红的小脸，悄声说：“别放我一个人在这丢脸啊！”直播满屏弹幕要求去看交通节目，节目名字赫然写着《狐狸夫妻历险记》，温丽和宋燕双双社死。温丽羞红着脸说：“看完了，你们满意了吗？”满屏的满意满意，还问到尴尬的脚下现在抠出几座宫殿，还要为严厉夫妇集资移民。温丽傲娇抬头：“我温丽才不会移民呢。”瞥了一眼宋燕：“我破罐子破摔，原本也没好到哪去，可是宋老师今天可是人设全崩了，弹幕里全是在问温丽那是你老公啊，你怎么好像在冷眼旁观呢？”宋燕开口：“那我人设崩了怪谁呢？”老父亲般笑盈盈地问：“你说怪谁？”温丽委委屈屈地说：“怪我行了吧，我不该提议穿什么狐狸装。”随后猛地抬头：“不对啊！”掐腰站起俯视宋燕：“要不是你抽到那个三个轮子的车，我也不会建议穿闷热的狐狸玩偶啊。所以就跟问底，罪魁祸首就是你。”宋燕抬头看温丽：“那你想坐购物车吗？”温丽一下子被问懵住了，磕磕巴巴回到：“那倒也没有。”弹幕一旁哗然：“影视圈白月光沦为社会法制咖，快让我看正片，谁能听懂他们在吵啥？”一旁文文给温丽比划着手势，意思是不能剧透啊。温丽一捂嘴说道：“不能说了，反正宋老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等着看正片吧。”温丽摆摆手，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模样，说自己可是习惯了，等热搜看宋老师一个人丢人现眼啊。哭得自己的左脸被宋燕拉住，被质问：“你要看我一个人丢人现眼啊？”贴近温丽的脸庞又问：“你是我老婆吗？”温丽揉了揉自己被捏疼的小脸，这可真是尴尬到家了。屏幕开始炸翻天：“捏脸杀吗？发糖之前要打个招呼啊！”温丽撇过头想着：“宋老师干嘛呀，这么多人看着呢。”装着若无其事的念着大家送来的礼物：“感谢给爷亲一个我送500个深水潜艇的20个深水潜艇。”温丽才后知后觉，脸色羞红，对着屏幕大喊：“你做梦！”屏幕前的粉丝起哄不嫌事大，弹幕炸开要送温丽上热搜丢人现眼。文文慌张打开某博，震惊的瞳孔放大，真让节目组说着了，不仅上热搜，而且是前四条呢，这钱确实是省下来了。夜晚编导组的人员来碰明天的录制环节，一旁的温丽正在走神，和小迷妹齐思涵正在聊天。齐思涵说自己和严准的购物车被露头，也很是丢人。温丽一脸疲惫回到：“虽然有些不道德，但是看到你们比我们还惨，确实有被安慰到。”编导组和宋燕对流程对到足球场表白时有些犯难，依照温丽老师的性格，这项确实难为她了。宋燕也偷瞄了下温丽，并未反驳：“可是我们毕竟是恋综，还是要照顾下严丽粉的情绪的。”看着持续走神的温丽，建议：“要不你们抽空多营业下呢？”宋燕思考了下回应：“是挺困难。”片刻后编导组告辞，细节约在明天再聊。温丽不好意思的挠头说：“刚才。”宋燕把话接了过来，说：“刚刚编导说告白环节设计不够巧妙，所以他去找导演想办法。”温丽变身乖巧的小猫咪，却是拥有鱼的七秒记忆。那之前的方案是，宋燕老父亲般徐徐到来，明天原本要去科大情侣告白约会圣地银杏大道，用通告稿杵了杵温丽的鼻子说：“但是考虑到温老师对浪漫过敏，虽要改成普通的游戏环节了。”温丽抚了抚自己的鼻子：“为自己发声道，我可没那么矫情好不好，不就是告白吗？我一个偶像剧出身的女演员，这对我也太小儿科了。”宋燕直接来了一个歪头杀，魅惑问道：“是吗？”略显期待：“那温老师来一个。”温丽嘴比脑子快的回到：“来就来。”随后僵在原地，话就卡在喉咙处，怎么也说不出来。宋燕等候多时，无奈叹了口气，爱抚的揉了揉温丽的头，安慰说：“好了，不要勉强。”起身就要去洗澡，可是却被温老师一把拉住。宋燕惊讶回头：“温老师。”就感觉耳边传来温热气息：“等等，宋老师，我喜欢你。”面对忽如其来的表白，宋燕有些招架不住，顿时愣住，慢慢转身直视温丽，迟疑问道：“你喜欢谁？”温丽脸红别过头去，捂着嘴小声说着：“喜欢你啊，宋老师。”宋燕还是没有缓过神，不敢再直视温丽的眼睛，转移话题提示明天是去大学校园录节目。温丽误以为宋燕是在提醒她表白要适合拍摄场景，越说越顺口：“哦对，学长，我喜欢你。”宋燕愣住，这小嗲猫今天怎么了？看着宋燕略带质疑的眼神，温丽心想：不是让自己练习一下校园表白吗？这副表情是什么鬼？宋燕却觉自己被调戏，叹了口气说道：“温老师，你犯规了。”温丽没好气：“就是为了 CP 粉营业下，怎么还犯规了？好吧，那不营业也不会脱粉了。”惊醒梦中的宋燕：“营业吗？”温丽一个劲的点头：“对啊，不是你让我试试吗？”转头拿着浴巾就去了浴室，说道：“那算了，我去洗澡了。”留下一脸无奈的宋燕望向屋顶，
试图放空自己，心中百感交集，想要的从来只是小点猫真的喜欢自己。洗完澡出来的温丽躲在被窝里自恋的看着自己偶像剧中的各种表白，奇怪严厉粉那么多，怎么没人给自己和宋老师做过混剪呢？遂在评论区找到了答案，原来是宋老师出演的影视剧基本都是科幻或是动作大片，感情戏少的可怜。看着宋燕帅气的侧颜，小声嘀咕还说我犯规，明明就是你自己没经验。随后轻轻搓了搓宋老师的头，就见宋老师忽地转头问什么。温丽被吓了一跳，宋燕轻轻撩起温丽的发梢，发现还有些湿润，问道你没吹头发吗？温丽忽然想起宋燕说过掉毛的事，宋燕则是担心她明早会头疼，起身给温丽轻柔吹起了秀发，场面一度和谐温馨。宋燕问你刚刚说什么没经验，温丽忽地站起拿着手机说告白呀，粉丝都说你没拍过，给你看看我的演的好吧，一副求表扬的小学生模样。看着温丽各种表白其他男人的名场面，嘴里还絮絮叨叨当时的台词，宋燕脸色越来越暗黑，一把锁屏，随后将手机高高抬起。温丽想着这宋老师也太没风度，承认自己的演技比他好这么难吗？就见宋燕一把将手机扔了出去，一把扶住温丽纤细的腰身，将她扣倒在床上，质问温老师你是故意的吗？存心让我不高兴。温丽劝解着宋老师多接点这类型，打磨下就好了。宋燕继续凑近说道再想想别的可能性。温丽一副那就是因为陆明啊，我都不介意了，那就是一部戏。宋燕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傻媳妇，肯定的说是傻子吧。温丽气不过，直接用头撞向宋燕，顿时两人头顶都起了两个大包。温丽炸毛，你才傻，你不仅傻还痴呆。宋燕认同的点点头，也对，要不也不会娶了个傻子。一声怒吼，宋燕响彻云霄，傻子娶了傻子当老婆。傻子不服气一头撞了上去。第二天晚上在录制现场，中年演员夫妻秋红和陈梓童吐槽着纯情告白这种事还是年轻人做才有看头，齐思涵则借着节目八卦起来温老师高中有没有关系很好的男生啊。温丽一下就想到了柏森，是有个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啊，是青梅竹马，那你们没有发展点什么？温丽赶紧摆手，没啊，跟他不可能啊，哈哈哈，这么急的否认是怕宋老师吃醋吗？不是不是，心想着那时候宋燕每天跟柏森哥在一起，他有啥不知道的？齐思涵继续问着，那除了青梅竹马还有别的男生吗？温丽犹豫了一下，没有了，别的关系好的都是女生。齐思涵一脸失落，然后转头看向宋燕，那宋老师呢？没有啊，那时候小不会跟女生打交道，眼神看着温丽继续说着，有时候面对人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怕露馅所以只能装高冷。宋燕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也太怂了吧。是啊，那时候确实很没用。我不信，秋红突然说道，你们看着就是一脸我有故事的样子，可不能说谎哦。我才没说谎，想着自己和宋燕高中认识的事要能扒出来早扒出来了。一顿八卦局后，导演宣布收工了，但是你们再聊会天，我们先收收东西。可是他们不知道录制还在继续，这时秋红的八卦之魂燃起，说了初恋再说说初吻吧，反正现在录完了，从实习夫妻开始，那个母胎到现在毫无经验。温丽突然想到了郑雪，她在的话肯定很骄傲地说初吻是彼此吧，但是我和宋燕可都没那么好意思说。温丽老师发什么呆，哈哈，在想怎么编吗？齐思涵急忙替温丽解释，温老师读书没谈过恋爱，初吻肯定是献给荧幕了。我虽然没恋爱，但是初吻却是在高中，跟谁？这是能随便说的吗？宋老师怎么这么平静，都不吃醋吗？那宋老师初吻呢？真巧，我也是高中。我们是不是问了不得了的八卦？不对啊，秋红在后面追问着，温丽你都没早恋，初吻怎么给出去的？导演在旁边看着都可惜，这段料真不少，只是不能放出去。第二天温丽躺着看手机，感觉今天粉丝的评论都很奇怪，难道协议结婚的事被泄露了？听说是天台聊天内容被传出去了，有的粉丝难过喜欢的 CP 初吻不是对方吧？是这样啊，吓死我了，不过真可惜啊，当时要是有人多问一句就好了，粉丝们就不会伤心了。温丽想到了昨天的画面，立马堵住了宋燕的嘴，你不许说。好的，老婆说啥就是啥。女人正在八平方的化妆镜前美美的打扮，这时男人缓缓走了过去，这个东西给你，不介意的话录节目可以带上，最近在谈这个品牌代言，品牌方给我们定制的对表。女人看着手表有些吃惊，这个牌子好像只在舅舅的收藏柜里见过，你谈的是亚太区还是中华区代言人啊？男人淡淡回道，全球代言人。温丽八百年的酸菜刚翻了，满脸的羡慕嫉妒恨，仔细一看竟然还是刻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录节目带这个表会不会有点太显摆？宋燕温柔回应，没事，你要怕招摇收起来也可以。温丽小心翼翼地摆弄着，心里喜欢的不得了。几天后在车里，小助理说着，姐你最近戴的手表真好看，我好像看宋老师也戴过，是情侣款吗？温丽心中一紧，确实确实是一对，然后立马嘴硬的解释，适当带点奢侈品可以让品牌方知道我有多抢手呀。说的时候手还在轻抚着，戴情侣表也算照顾下 CP 粉的心情吗？很快到了为你成团录制现场，而温丽今日的 OOTD 也很快被发到网上，下面评论道，温丽和许星月台本风波过去了吗？开始戴姐妹款手表了？许星月戴的可是全球限量，价格百万打底，这么偏心，温丽的好像是十几万的普通款。看到评论温丽气炸了，哼，什么普通款，这是宋老师定制款，我的全球仅此一只，比限量的厉害多了，
你们那破相机连我名字首字母都拍不到，垃圾相机。这时工作人员进来通知要上台了，画面来到舞台，为你成团的义工表演正在进行。温丽看着弟弟还没出道就有粉丝应援了，很是开心，这小子不错，虽然跳舞差点，不过也算争气。 Ending Pose 一出，台下全是呼喊，李仔好帅，妈妈爱，谢谢这组的精彩表演。那评委老师有什么意见给他们的吗？见姐姐在旁边，徐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生怕别人看出他们的关系。许星月说着，你们这组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徐丽，你的 vocal 很不错，可是舞蹈还需要继续加油。徐丽小奶狗乖巧的点点头，我会加油的，世姐永远爱挑事。许星月故意发问，刚刚温丽老师站你旁边，我看你躲了一下，你是不喜欢温丽老师还是喜欢呢？这问题让姐弟两个一下愣住了，温丽都替弟弟捏把汗。要说喜欢，怕人觉得作为练习生跟见证官有什么拉扯，要说不喜欢，那自己粉丝会对徐丽反感，肯定又要干仗。许星月看向温丽露出得意的小表情，温丽也毫不示弱的坚定看去，内心想着，行啊，居然算计到我弟弟头上了。尴尬几秒后，徐丽奶萌的回道，我是温老师的粉丝，也是宋老师的粉丝，刚刚躲一下是我跳舞流汗怕有汗味熏到他了。这憨憨巧妙的回答惹得粉丝哈哈大笑，温丽也赶紧带上宋燕，谢谢你喜欢我家宋老师，我会帮你转达。徐丽表面温顺，谢谢温老师了，但心里白眼都翻天上了，没有达到自己的想要的效果。许星月明显有点失落，这时背后突然有人叫他，温丽用最凶狠的眼神说着最温柔的话，星月啊，下次再开这种玩笑，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顶流女明星躺在老公腿上撒娇打滚，哼，我生气了。原来刚刚在为你成团的录制现场，红门小师妹故意借机为难选秀练习生，想要让师姐温丽难堪，谁知温丽这次毫不留情面，回到评委席后直接对许星月开怼，下次再开这种玩笑，我是你师姐也要骂你了。此话一出，台下的观众都开始窃窃私语，是怎么了？温丽是生气了，可能玩笑太大了吧。许星月见状赶紧满脸笑嘻嘻的解释，我是怕刚刚徐丽躲的动作伤到师姐的心，替你出出气。哇呀，原来是这样啊，要不是你说我都没注意到，我心思没你那么细腻，要是你在上面采访，估计已经给徐丽记满小本本了吧。不过还好你只用坐下面点评，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被练习生伤到心。许星月面对温丽的当场发难有些措手不及，十分尴尬的说，师姐你这话说的我好像很小气一样，哈哈哈，我知道刚刚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但我也是真觉得你心思细腻。然后对着台下观众摆手解释，你们别乱猜，我们关系很好的呀。转身立马牵起许星月的手，你说对吧师妹，而且今天还故意跟我戴同一品牌的手表，是想给我惊喜吧。果然是同门师姐妹的默契，哎呀，被师姐发现了，真是巧啊。温丽没有再理会他，而是宣布下一组选手开始表演，搞得一旁的许星月摸不着头脑，心想虽然今天专门带郭导这个表就是为了压他一头，但他怎么还主动说手表的事，哼，就算我是捡了别人不要的限量款也比他的贵，毕竟谁档次低谁尴尬。录完节目回到家，温丽气得要爆炸，许星月他宋燕接过温丽的衣服，所以是因为他当众找你和徐丽的麻烦才生气的，才不止呢，你看。说着就把网上那个议论他手表的事给他看，那些记者都没把照片拍清楚，就说他的是限量，还要和我戴的比一比，真是气得我都想呕。我录节目的时候故意 Q 了这块表，准备让丹姐发通稿说我是定制款。对了，你那温丽说了一半又停了，宋燕一脸疑惑看着他，你代言什么时候官宣，要是不能提前曝光我就再忍忍。宋燕挂好衣服又坐了回来，看你那样你忍得住吗？不会憋得更生气，可是这表是你送我的，我总得顾及你的感受吧。宋燕温柔地说着，那你的感受呢？温丽一脸委屈巴巴的，虽然想说没关系的，但是真的好气，纠结的他突然躺了下去，在宋燕的腿上闹腾着，宋老师我不开心啊。宋燕轻轻扒拉着温丽四散的头发回应道，好的，我明白了。过了许久，落日的余晖散落在房间，温丽躺着睡着了，宋燕一边摆弄着温丽的头发一边发着消息，原来她正在联系品牌方加快合作进度。同门师姐妹当众厮杀之后，女人回家跟男人一顿吐槽，心中的怒火一波接一波，男人为了帮老婆出气连夜联系品牌方。第二天许星月超话里有人放了温丽和许星月照片还配文，极度使人发疯，评论更是说妹妹自己买块表还被碰瓷，有本事阴阳怪气没本事买更贵的戴，气得温丽一把扔掉了手机。要不是担心宋老师代言受影响，小助理这时也在刷着网上的那些东西，紧锁的眉头忽然打开了，天啊，太帅了。温丽看着小助理现在竟然还有心情看帅哥，作为我的助理我在生气，你在花痴帅哥？不是不是，小助理赶紧摆手，是宋老师啊，姐你自己看吧，你都见过他那么多回了，至于吗？果然是小女生，拿着手机一看，竟然是 JL 的官宣，夜色月光，银白如水，全新约会系列，百年沉淀以爱之名特别定制，并赠与全球代言人宋先生和宋太太，全球独一无二，只此一对。下面评论，全球限量款地球上还能找出几十个，定制款只有这一对，不是用限量款，用贵就能概括的。温丽看着手机屏幕久久没有回过神，小助理在旁边问他，姐，这个官宣文案你之前知道吗？啊，什么？我不知道啊，那这文案是宋老师想出来的吗？他是代言人又不是文案策划。温丽倚靠在窗边看着车外，想起跟宋燕的抱怨，他询问着自己的感受，
忽然一下人间清醒，原来宋老师是为了回到家后，温丽走到宋燕旁边，热搜我看到了 ，JL 家的文案策划多少钱一个月？我想把他挖过来给我写稿啊，是吗？那你打算给我开多少工资？太少可不干。没想到是他自己写的，温丽十分错愕地看着宋燕，不知道为什么脸一下巨红，赶紧偏过头说：“你太贵了，开不起。”其实也不贵。话还没说完，宋燕的电话响了，接起电话看了看时间，好的，我一会就到。那个百森找我，晚上我就回。嗯嗯，晚上见。说完，宋燕就出门。关门后，温丽站在原地迟疑了很久，感觉自己的心扑通扑通的跳好快，完了，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了。另一边，宋燕来到百事娱乐，昨天你经纪人还在和 JL 讨价还价，你倒好，刚和人谈完就让人官宣，文案还是你自己写的，给你钱吗？百森，百事娱乐总裁，温丽的发小，代言费够多了，文案算是赠送了。呦呦呦，宋老师这么大方啊，之前又是拍戏又是读商科学位，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钱都赚了，现在居然有空给品牌方写文案，为了温丽那丫头吧，只是顺手帮她出个气也是奇了怪了。两年前那丫头出事，她就不许我们帮她，你顺手和她结个婚，她和竞争对手抢资源，然后你顺手接了那个综艺，现在她跟人撞表，你又顺手写了个文案。阿燕，你怎么长了那么多手啊？你在阴阳怪气什么？你喜欢那丫头吧？我可是情场老手，你骗不了我。那你现在才看出来我喜欢她，看来你这情场老手也是徒有虚名啊。女人突然心跳180，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了他。温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虽然自己和宋老师是协议夫妻，成年人相互有需求也没什么，谁也不吃亏，但是怎么就把心交出去了呢？怎么就真的喜欢上了呢？特吗？栽了就栽了，不就是追个人有什么难的？另一边，百森正和宋燕商量着让他去某节目做飞行嘉宾的事，你让我再想想。这时宋燕电话突然响了，百森直接拿了起来，我帮你接，你快点想，我可是口头答应别人了。百森看着来电坏笑了起来，哟嚯，这不是我前未婚妻小炸药桶吗？谁打来的电话？百森故意说着陌生号码，然后接通电话。宋老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百森听着电话里甜腻腻的声音，一整个被吓到了。妈耶，炸药桶变小狐狸精了。温丽听出了百森的声音，宋燕顿时也感觉不对劲，一把抢回了自己的手机，还没说话就被轰炸了。你是不是闲呢？自己没手机接别人的？宋燕是没长手还是没长嘴要你帮忙接电话？宋燕人呢？我在呢。你我一下把温丽给整不会了，你干嘛让他接电话呀？害我让他看笑话，他抢了我的手机。你刚刚说了什么？温丽忽然什么也说不出口了。那个没说什么，我先挂了。宋燕赶紧问百森，他刚说什么了？没什么呀，就问你什么时候回家。宋燕怀疑的看着他，那你怎么笑成这样？好久没联系前未婚妻了，我高兴下怎么了？要不要我给你助攻？你别多事，没事少联系前未婚夫。哎呦，我都没说你撬我前未婚妻墙角呢，你还小肚鸡肠起来。宋燕突然陷入了沉思，他本来该是我的未婚妻，蒙谁呢你？你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当地主少爷，高二才转过来呢。不过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招惹那丫头的。还记得那次毕业旅行，班上几个男同学叫我带着温丽一起去，说都是未婚妻了，迟早要睡一个被窝，不如先享受了。我刚准备开骂，话还没说完，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拳头就揍了过去，打得别人可是求爷爷告奶奶。你那发飙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可不敢惹你，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我只会为你摇旗呐喊，做你恋爱之路的保护伞。宋燕拍了拍百森的肩膀，算你识相，那我先走了，飞行嘉宾的事你们给我安排吧。你小子这么见色忘友啊你。电梯里的宋燕脑海里浮现着温丽的样子，不管她曾经是谁的未婚妻，现在都是我的妻子。女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心意，就找老公要亲亲抱抱举高高。刚刚男人回到家，女人就在门口等候。宋燕瞥了眼摄像头，想起了上次的撒娇任务，你到门口接我是又有任务吗？女人满脸透露着心慌，那个，对的，是有任务。监控室里导演看着助理，你偷偷改台本了？没有，绝对没有。宋燕无奈地说着，今天什么任务啊？女人调戏的样子勾了勾手指，任务，就是做什么都可以，但我们要待在一起。那你想做什么呀？我们玩游戏吧，就你代言的那个游戏。说着两人就开始了，温丽借着玩游戏一点点的靠近，游戏里给宋燕摇旗加油，游戏外趁机卡油，慢慢挪动，直到靠在了宋燕的肩上。宋燕揉了揉脖子说道，你要是等我刷怪无聊就去做别的游戏任务，我不无聊啊。然后立马伸出了手帮他，怎么样，我按得不错吧？看着宋燕没说话，他又凑近了些，你好歹给个评价呀。面对温丽反常的调戏，结果宋燕输了游戏，随后他起身表示自己要去喝口水。温丽看了看他，然后也跟着起身，你跟着我干什么？任务要我和你待在一块啊，你喝个水最多两分钟。不行，那两分钟也算分开。宋燕无奈手扶头，随后一把拽住温丽的手，直接朝洗手间走去。那什么，我没有看你上厕所的癖好啊，不是你说两分钟也算分开吗？女人害羞的紧闭双眼，那你上吧，我保证不偷看。宋燕贴近温丽耳边，洗手间没摄像头，你到底什么任务？偷偷告诉我，节目组不会知道的。温丽继续嘴硬的说着，没别的呀，就是要我们待在一块的任务。只是待一块吗？那也不可能连两分钟都不能分开，让你一直跟着。温丽一下不知道怎么解释，想说又说不出口，小小埋怨的说着，我今天就想当跟屁虫不行吗？男人双手捧起她的脸，那跟屁虫你有什么目的啊？温暖的双手扶着她的脸颊，温丽一下更说不出话了。宋燕看着迟迟不作声的女人，只好作罢，
算了，温老师不方便说就不说了。等等，温丽抓住他的手，内心一点小忐忑，小慌张，小颤抖地问道，你不想亲亲我吗？男人淡定的目光中暗藏着激动，随后炙热的双唇温柔地落在了女人的嘴上。女人刚刚提出了要求，男人就给出了回应，但和以前拍戏等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女人真心的邀请，他的手轻轻浮上了脸，感受着彼此的呼吸和湿热。这时温丽的手机忽然响了，他推开了男人，人间有你编导一直不见他们从洗手间出来，于是给他发了消息。温丽说着，你先出去，我等下再出去，要不然这段播出去又够别人乱想了。宋燕看着温丽被吻得晕开了嘴角，一边伸手轻轻帮他擦拭着，一边说着，就算被播出去了也没什么，只是我们偷偷做坏事被抓到了，你好好的开什么车，那你笑得这么开心，让你管啊。温丽干脆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就喜欢和你做坏事，怎么了？然后像打了胜仗一样得意的出去了，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宋燕在洗手间独自回味着。第二天温丽依旧沉浸在喜悦之中，有了昨天的拥吻，接下来再发挥自己的魅力一举把他拿下，等人追到了，离婚协议还不是分分钟就能反悔的。这时经纪人丹姐忽然打来电话，温丽格外亢奋地接了起来。丹姐下午好呀。丹姐不解，你中彩票了？这么兴奋？温丽这才注意到，然后收敛了情绪。丹姐说，我一直想帮你接冰城这个电影，导演和编剧都是很厉害的。温丽也听出了后话，直接问然后呢。丹姐继续说着，但是他们不看重流量，我约了几次导演都没明确答应，好在编剧觉得你还不错，加上宋燕是男主之一，所以还有一点机会，有个演技综艺 S 级演技大赏收官的那一期冰城的筹导会去，我把节目台本发你，你要好好表现争取这个机会。明白了。挂了电话，宋燕走了进来，你要用书房，那我回卧室看剧本吧，你不是有不能分开的任务吗？温丽昨天得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尴尬地说着，对了，差点忘了。然后俩人就一起在书房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温丽看完后就一直盯着宋燕看，发现喜欢她之后，她的额头、眼睛、鼻梁、嘴唇还有这张脸都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宋燕被盯了很久，忍不住凑近问着，你看什么呢？温丽目光没有移动，然后一本正经地说着，看你啊。宋燕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你好好看剧本，想被拍到看剧本不认真？温丽凑到耳边小声说着，被拍到也怪你，谁让你比剧本好看。宋燕立马羞涩地侧过头，还说着，温丽马屁精，我说实话怎么就马屁精了？说着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宋燕拉住了他，你怎么要出去？对啊，谁叫你比剧本好看，我在书房看不进去。摄像机那头的编导也十分惊讶，温老师是怎么平静如水地说出这种台词的？可能演过太多偶像剧的女主吧。而被撩拨之后的宋燕紧张的不行，毕竟她没演过偶像剧也没经验，整个脸通红通红的，心脏砰砰砰的跳。温丽明目张胆的撩对她是相当受用的，由于男人实在太帅，女人无奈，为了能专心工作只能暂时离开，剩下男人心跳加快独自可爱。晚上宋燕端着晚餐走了进来，哇，女人有点小意外，谢谢宋老师。男人俯身弯下腰，意外瞟到了温丽手机里的台本，是自己会出演的冰城，小心思全都冒了出来，为什么他没跟我说，是不想让我帮忙还是不想和我合作？女人看着碗里的菜说，你是不是想让我长胖，所以放了这么多沙拉酱，吕洞宾都没我无辜，你是在骂我狗？对啊，不识好人心的小狗，是低脂的你放心吃吧。那你早说嘛，完了完了，不行不行，自己现在要追他，注意态度，要对他好。然后立马秒变可爱，在宋燕的肩上蹭来蹭去，啊，你做的沙拉好好吃哦，你要不要尝一口，我喂你。然后一脸期待的看着宋燕，你这又是新任务？温丽啪的一下指着摄像头，你看灯是灭的，没有任务啊，你当我是白痴吗？无奈道，那你今天是怎么了？没怎么呀，你给我做了沙拉，我很开心，就想喂你一口。宋燕感觉温丽有点奇怪，但是自己的老婆自己宠爱，好吧，你喂吧，我准备好了。温丽睁开卡姿兰大眼，好耶。宋燕看见温丽放进了自己的嘴里，你不是喂我吃吗？怎么？话还没说完，温丽就捧起了她的脸，然后慢慢的慢慢的靠近，将嘴里的食物分了一半放进了宋燕的嘴里，轻轻一咬，食物带着彼此的热气分别到了口中。温丽有点害羞的侧过了头，那个，我看你嘴小不够装，所以帮你吃一半。顿时感觉好羞耻啊，好大胆啊，他应该不会嫌弃我的口水吧，毕竟我们交换过很多次了，嘿嘿，是不是很好吃啊？宋燕这才反应过来，吞咽了进去，擦了擦嘴角的余温，很甜。几日后宋燕和冰城制作组的正在一起吃饭，宠妻狂魔却看着手机呆笑，记得今天答应了我要早点回来哦。好，温老师放心。阿燕，你在笑什么呢？在跟我太太聊天呢。温丽啊，她是找你帮忙。宋燕无奈的摇摇头，我倒是想帮她呀，可她不愿意，这丫头比较倔，哈哈哈，倔点好啊。冰城里婉婉也是很倔的脾气，倒是阿燕你性格好像变了，我看了你那综艺的预告片，这结了婚性情大变了呀，求导你别调侃我了，阿燕你还不好意思了，哈哈，没有，我先去个洗手间，一个预告片就让人调侃了，那要是正片被播出去，不行，我还是得打打招呼。于是拨通了人间有你严导的电话，喂，严导，我想跟你商量下，前几天温丽做任务那段能不能剪掉啊？什么任务？前几天你们在家那段，我们没安排任务啊。没有，那他假装关摄像头，然后什么？你们关摄像头之后做了什么？没什么。宋燕吓得赶紧挂断了电话。这时一个女人走到了她背后，轻轻叫了一声，宋燕，好久不见。洗手间的青青，明目张胆的撩拨，
还有撒娇喂食。本以为都是因为做任务，可宋燕却从导演那里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思绪回到今天出门前，宋老师，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我想找你对对戏，冰城那种题材的我演的少，心里没底。宋燕轻轻揉揉脑袋，你开口我一定早点回来。温丽开心地抓着宋燕的手，那我在你回来之前自己再多过几遍。宋燕十分疑惑，于是试探性地问，之前也没听你提过，怎么这么想得到这个角色呀？这么好的本子和团队多香啊，还能帮助我转型啊。温丽脑中浮想联翩，还可以每天贴着你展开追求。宋燕眼神却变得暗淡，本以为会有一点是因为自己参演了这部戏，想着最近温丽做的奇怪和矛盾的事让男人想出了神。宋燕，男人这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我刚在想事情。原来刚刚在几分钟之前，宋燕出去跟人间有你的导演打电话时，突然碰见了十年前的荧幕情侣，曾经还一度传言他俩阴气生情。回过神来的宋燕向女人介绍着，女人微微捋着头发礼貌地说道，我从于导那听到你们在这聚餐，所以厚着脸皮不请自来了。丑导赶紧说着，不会，正好制片也想认识一下你。等他们都跑去打招呼的时候，冰城的编剧坐到宋燕旁边小声说着，我觉得你太太温丽的娇俏灵动，英气飒爽，更贴合婉婉。这位唐家人的气质虽然不错，但不像冰城里的婉婉。谢谢周编剧夸奖，我太太要是知道肯定乐开了花，可惜我只是个编剧做不了主。很早我就给你太太递了本子，但是没几天却是这位唐小姐联系了我，懂得都懂。听到这话，宋燕脸上的笑容退了下去，逐渐变得暗沉。老周你怎么坐这了？跟阿燕聊什么呢？就聊了一下他太太。咦，你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宋燕毫不客气地说着，角色还不一定是他的，我太太脸皮薄不肯来。女人当然听懂了这个暗讽，皱了一下眉头。这时裘导又举起了杯，阿燕，过两天那个演技大赏的综艺你可得多给我提提醒，我第一次上综艺，现在演员粉丝太可怕，我可怕得罪了。这话说的能被你指导几句，多少人想都想不来。周老师说的对，我太太也希望裘导能多提点，可是我自己是老婆奴，她一委屈我就心疼，希望裘导还是能嘴下留情。哈哈哈，好，看在你这个老婆奴的份上，我到时候把脾气收敛收敛。此刻在一旁的唐家人正在暗流涌动。聚餐结束后，大家在停车场道别，看着宋燕和唐家人如此生分，裘导想起了十年前宋燕出道的作品，你知道吧，与伟光导的那个。那时候宋燕就普通高中生，白纸一张，他跟唐家人对戏的时候眼神里压根就没有光。可是宋燕那年不是拿了最佳新人奖吗？他们还是最佳荧幕情侣，你这老头吃瓜别急啊。后来于伟光就问宋燕，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把自己带进去，你喜欢的女孩光芒万丈，而你是地里的泥土，你很喜欢却又配不上她。哦，合着那部电影宋燕眼里不是女主角，也不是唐家人，而是她心里的女孩子。宋燕刚开门，温丽就跑了过去，你可算回来了，你先歇会儿，正好帮我看看我走戏的效果。宋燕看着眼前的女人，无论十年前还是现在，她时刻都是光芒万丈，在她面前自己一直都是需要抬头仰望的泥土。啪啪啪，宋燕拍手叫好，不愧是温老师，戏走得真好。真的还可以吗？当然真的，今天周编剧还说你形象合适，说希望你能争取到。那你希望我拿到吗？宋燕搂过了温丽，我当然希望你能。她顿时开心的像小女孩，我会努力加油的。感受着温丽的开心，男人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就算配不上也想让她能愈加明亮并且恣意张扬。男孩在疯狂的追赶，直到看见女孩轻盈而优美的背影才停住脚步，那是他喜欢的女孩。他迫不及待的想上前，却被一个冷峻傲慢的男人挡住了去路。男人低着眸子说道，宋小少爷，如果你父亲没破产，那你还是小少爷，那我外甥女就还是你的未婚妻。可你父亲现在风光不再，我知道这话不好听，但你也是锦衣玉食长大的，换作你是我，你会同意这桩婚事吗？那些话把男孩的骄傲和清高打得七零八落。宋燕，一道声音将他从冰冷的梦里唤醒。惊醒后的男人仍然心有余悸，冷汗直流。见宋燕半天没有回应，温丽焦急地询问着，宋老师你没事吧？宋燕这才回过神来，我没事，做了个梦，可能最近有点累。温丽长舒了一口气，并给他披上了毯子，太累了就去床上休息嘛，你没事我就先赶去工作了。说完转身离开。宋燕看着温丽的背影，想起了刚刚梦里的样子，下意识的一把抓住了他。温丽满脸的疑惑，怎么了？宋燕恍惚了一下，没什么，随后递上了毯子，温老师快去工作吧。好的，有事打电话我，记得看 S 级大赏的台本哦。温丽走后，宋燕拿出台本，内心一直无法平静，怎么自己又梦到这个？人间有你的助理问着，这是那个演技大赏的台本吧？编导说着，听说竞演内容随机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先让熟悉一下。话是这么说，可是都一个小时了，宋老师还没翻页，那肯定是在开小差。宋燕确实在开小差，温丽最近的变化还有那个梦，让她内心烦躁不安，索性合上了台本不看了。而监控室的编导却气炸了，我怀疑他在看小电影，要不然为什么不给我们看？因为宋燕此时的背影正好把手机屏幕挡得死死的。随后他在手机问答界面打出了自恋、傲娇、嘴硬、别扭、脾气很差的女孩子行为特征分析，答案却是让他赶紧换人，早换早超生。宋燕摸了摸下巴，换人不可能，这个不值得参考。他此刻越来越焦躁，忽然想到粉丝应该比较了解自家偶像吧，于是直奔温丽超话。进去就看见标题温丽的千层套路，通过小作作、跳舞、撒娇和喂水果展现魅力，直求攻击强势撩拨他的心弦。
三丽的欲擒故纵既有侵略性又艺术性。宋燕看着这些手不由得有点激动地抖了起来，他心里那盏灯好像砰的一声明晃晃地亮了起来。难道说他真的威力一直忙到晚上才回家？他洗漱完来到卧室，发现宋燕已经睡了，于是理了理他的头发，发现他怎么睡觉还皱着眉，因为他脑海中又出现了个画面。温丽说着，宋老师你喜欢我吗？但因为他的胆小害怕失去而迟迟不敢回答。看着温丽渐行渐远的样子，他更害怕了，他一把搂住了温丽，说出了不敢说的话，我喜欢你，别离开我。从前他心里都不敢想，都没期待过他的回应，而此刻窝在温丽怀里的宋燕是安心的，听到宋燕嘴里嘟囔着的话，也让温丽惊讶的羞红了脸。男人在家暗自神伤，女人在外美的不像样。小助理夸赞着温丽，今天的妆真好看呀。温丽看着镜子的自己，确实还不错，正想着晚上回家给宋燕看看，这时手机来消息，舅舅温衍发来消息，宋燕去温征的餐厅吃饭了，里面还有个女明星。温丽一脸疑惑地说，所以呢？那女明星叫唐佳人。看到这个名字，她一下顿住了手，即使是协议结婚，忠诚也应该是最起码的条件。温丽看着舅舅发来的消息，正想七想八，忽然听见小助理手机里传出的声音，你在看 CP 超话里的我的千层套路吗？是啊，姐你看过了呀。温丽突然就拍起了桌子，那视频里的脑补就很离谱，然后举起手机递到造型师面前，粉丝做的这个视频就是断章取义，我哪有那么不矜持啊，别说看着还真像你故意撩拨宋老师。温丽语气渐渐弱了下来，没有好吧，心想着那些素材都是以前的，那时候自己压根就没非分之想。姐，丹姐来电话了。温丽定了定神接起电话，后天就要去卢氏录节目了，冰城的剧本吃透了吗？温丽支支吾吾地说着，还行吧，这不是最近都在忙综艺吗，所以这两天没看，综艺要准备，剧本也得看，你参加这个综艺就是为了拿下冰城的角色，万一求导让你试镜呢？这两天别窝在家了，去上个戏曲课，别辜负周边剧对你的期望。之前冰城剧组私人小剧，唐家人也去了，他应该也是势在必得，不然不会没打招呼就跑去。听到唐家人，温丽突然开口了，丹姐，你觉得唐家人这次回国到底是想拿这个角色，还是想和宋燕合作？经纪人反问道，那你呢，是想要角色还是想和宋燕合作？温丽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都想。经纪人有些惊讶，难得呀，你今天倒是诚实的很吗，你都想，更何况他呢，他在国外这几年没少往国内发通稿，不然你都和宋燕结婚了，他和宋燕的 CP 热度为什么还能这么持久？温丽撇起嘴，那也没我和宋燕的 CP 粉多。经纪人笑了，那等你们协议结束呢，等宋燕恢复单身，他们再续前缘怎么办，不就是合作了一部电影吗，哪有什么前缘。温丽气鼓鼓的回到家，烦躁的推开门，我和宋燕才是认识的更早好不好，本来特意没有卸妆，想回家在宋燕面前惊艳一把的，结果进卧室发现他已经睡了。温丽又去光速卸了妆，蹑手蹑脚的爬上床，心里不满的嘟嚷着，睡死你算了，拿起手机戳戳戳的点到了唐宋 CP， 我倒要看看有多般配，顿时脸上的表情就暗淡了下来，十分落寞。纸飞机的电影里，原来那个冷冰冰的学长也会对着喜欢的女孩露出温柔又渴望的眼神，而那时对自己总是那么冷淡，几乎把讨厌温丽写在脸上，转脸他就收起了手机，不看了不看了，长他人志气有啥好看的。眼神忽然瞟到旁边的宋燕，怎么睡觉还皱着眉，他不知道的是宋燕此刻在做关于他的梦。他忽然一把搂住了温丽，嘴里还在小声喊着别走，看着宋燕满脸的害怕难过，他这是做梦了吧。于是温丽伸手轻轻抚摸他的脸庞安慰着，自己也把头埋了过去，温柔地说着，明明我跟你认识的更早，如果你那个时候不讨厌我，也许那时候我就会喜欢上你了。女人安抚着男人相拥而睡。第二天早上，睡得正熟的两人被一阵电话铃吵醒，女人迷迷糊糊的半睁开眼，嘴里还在埋怨着，这么一大早谁打电话，话还没说完就被眼前结实有力荷尔蒙爆棚的两块胸肌惊到了，面红耳赤的赶紧坐了起来，这一大早太刺激了。温丽接起电话，就传出小助理催促起床的声音，今天你和宋老师要飞卢氏。结束电话，温丽就去洗漱，这时洗手间的门被推开了，宋燕打着哈欠顶着凌乱的头发，半醒不醒的缓缓走进去，女人透过镜子看着她，就想起纸飞机里她对着别的女孩露出的眼神，想着就生气，于是移开了目光，淡淡说道，一会儿我洗完了叫你。突如其来的冷意让男人没有了半点困意，他落寞的低下头，好的，那我先去收拾行李，心里还在埋怨着，原来粉丝也不了解他哪里是什么喜欢，自嘲的轻喝了一声，不过是自己自作多情罢了。两人很快整理完毕，在小区楼下等着助理来接。温丽瞥了眼正在看手机的宋燕，想说话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都怪昨天看了那个纸飞机，人间有你的导演看着他们中间隔了八丈远就生气，一起出差也不甜蜜，他们到底有没有当夫妻的自觉。无可奈何的导演对跟拍小哥交代着，要求不高，能拍到素材塞进正片凑时长就行，我一定全力以赴。这时温丽也看到身后的人间有你正在跟拍，灵光一闪，对啊，还可以用这个办法呀，我可真是个大聪明。两人刚上飞机，温丽就在偷瞄着宋燕，她想借着人间有你节目组的名头为所欲为，咳了两声清了清喉咙，那个宋老师来任务了。宋燕诧异的看向他，询问到什么任务，
于是温丽伸出手绕过宋燕的手臂，抓住了她的手，涨红了脸说着，就是那什么，我们要手牵手直到下飞机。宋燕先是一惊，然后立马就露出了浅浅的笑，心中已经明了温丽又在作妖。女人见宋燕没有反应，有点小恼怒的撇下头，怎么连节目组的任务你都不想配合了？刷的一下抽出了手，不配合算了。宋燕立马又抓住了他的手，凑到他旁边低声说着，没有不想配合，只不过既然是任务那就再认真一点。随后将手指插进女人的指尖，环绕着手臂十指紧扣的握住了。温丽羞红着脸温柔地看着他，他的脸颊轻轻贴着女人的手背，这样可以吗？为了俘获男人的心，女人800个心眼子全用上了，借着节目组的名义对着男人谎称有新的任务，要求全程保持牵手状态。结果男人不但顺从地牵了手，还来了个十指紧扣，超出温丽心里预期的满意。他哼着小曲像只计谋得逞的狐狸。宋燕见他笑得阴险又嚣张，就决定调侃一下他，于是凑到他耳边轻声问道，你确定任务是手牵手不是嘴对着嘴吗？温丽脑子呆滞了 0.01 秒，然后立马摇头，不是啊，怎么可能。说完他就有点心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借口太烂被他看出来了，但脸上还是装得义正言辞，你开着玩笑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在骗你吗？宋燕一副好可惜的样子摇摇头，温老师在我心里从不会撒谎，我怎么会这么想你呢？温丽满意的说着，这就对了。随后宋燕故意假装提议着说，但是摄像师不在这里，就算我们完成了他也拍不到，要不要让他升个舱到我们这来？温丽咬牙切齿的看着宋燕那人畜无害的样子，好家伙，这是早就识破了，跟我玩呢，但不争馒头争口气，死鸭子嘴硬的继续说着，不用叫他过来，我就是先跟你练习下牵手，怕到时候对着镜头不自然。宋燕强忍着笑意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啊。温丽看着宋燕那想笑又不笑的样子就不服气，拉着他的衣领自己也靠了过去，转脸严肃的说，我说牵手你还非问是不是嘴对着嘴，你是想占我便宜啊？温丽这么直白的说话让宋燕愣住了，他盯着他半天也没回答。反将一军的温丽露出了得意的表情，一副我原谅你了的样子，算了，谁让我魅力大，你想占我便宜我能理解，我不跟你计较了。宋燕刚想说什么，但温丽毫不给机会的直接戴上了眼罩，表示自己困了先睡了。虽然温丽不讲道理，有时嘴硬又傲慢，可宋燕一点也生不出来气，谁让自己被他吃得死死的。飞机落地护士机场，接机的粉丝来了很多，他们一路打着招呼，中间人太多的时候，宋燕一直将温丽护在怀里，然而温丽却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套路被他识破这件事，但很快就想通了，看穿就看穿，我就装傻，看谁更能忍。脑海中还浮现出两情相悦之后自己拿今天的事嘲笑他的情景，想当初你1.8米大男人被调戏的说不出话，粉丝的呼喊声让他回过神，赶紧拍了脸几下让自己清醒，都在想些什么呢？粉丝们看见温丽扇自己，以为他没信心压力大，都纷纷安慰，三丽啊，没演好也没事，网上有我们控评呢，有姐夫在呢，你放心，他要是不帮你我们就帮你跟他粉丝对线。温丽哭笑不得的说着，别老想着跟人对线，对我有点信心，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粉丝们齐声说着，三丽加油，姐夫加油。听到姐夫这个词，温丽有点意外和害羞，因为和宋燕结婚2年多，其实他并没有太多结婚的实感。宋燕护着温丽一路往外走，在粉丝一声声宋燕照顾好你老婆的嘱咐中上了车。男人一把搂过老婆，我对你怎样的心思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三丽夫妇下了飞机以后就直接赶往录制现场，车里宋燕贴心的递过台本，并把自己比较熟的做了标注，你需要的话这几段我可以脱稿和你对对。温丽翻看着台本，发现宋燕把感情戏都跳过了，小埋怨的说着，感情戏你都不和我对，那我和别人对感情戏你不吃醋吗？一边说着一边在他的肩上蹭，可宋燕似乎没察觉到什么，还一本正经的解释着，我确实不擅长感情戏，可能真没法帮你什么。温丽撇过头失望的轻傲了一声，而旁边的呆头鹅还在思考老婆怎么靠近演片段赢取导演好感。看了一会台本之后，温丽有些累的倚靠在宋燕的肩上休息，宋燕立马就将手竖起放在自己嘴前，示意工作人员说话声音小一点，然后自己也把头靠了过去和老婆依偎在一起。很快他们到了 S 级演技大赏的排练室，刚到棚里一群年轻演员就挨个和他们打着招呼，但是作为助演嘉宾他们立马就被分开去指导不同的演员。青年演员宁俊轩和汪妙排练的是温丽1年前的古装作品中瑶池表白的那一段。汪妙急切地请教温丽，导演说我和男主对视时眼里没有小女儿家的娇羞和无措，不像是被人表白，更像是听人念台词。没事，我给你来一段，你注意看我的眼睛。随后冲着宁俊轩招招手，来，咱俩对个戏。另一边宋燕指导的演员也发现温丽在和宁俊轩对戏，自己想去看，于是撺掇宋燕，宋老师你不想看看温老师跟人对戏吗？宋燕语气平淡表示着不想，为什么？难道你看了会吃醋？那温老师拍了那么多偶像剧，宋老师你每天不得酸死啊？宋燕无奈，行了，去看看好吧。心里还在自我解释，自己才不会吃醋，只是单纯不想看而已。可是立马啪啪打脸，温丽此刻站在宁俊轩面前，饱含了年轻女孩即将对自己暗恋对象表白时的羞涩。我喜欢你。一双蓄满浓浓爱意的眼睛看上去仿佛已经喜欢这个男孩好久。宋燕看着眼前的一切，小心脏还是没扛住，本以为自己不会吃醋，看来还真是高估自己了。宁俊轩面对温丽的表白没有接住戏，很不好意思地说，被温老师看得有些受不了，心脏扑通扑通的，说话间无意中瞥到了围观的宋燕，虽然他在笑，但宁俊轩却莫名打了个寒战。温丽还毫不知情地安慰宁俊轩，没事，要不再来一次。宁俊轩佩服地说着，温老师太厉害了，
老公在边上也能演得那么真实，实则内心慌的一批，求求了，我害怕。温丽这才往周围看了看，宋燕拍着手叫好，演得真棒，脸上的笑容也压不住她想刀人的心。正好我的感情戏也是短板，要不温老师也教教我。温丽忽然觉得心里有点发毛，可是我心虚什么，演戏而已，又不是偷情。但觉得宋燕像是不怀好意，以不要耽误他们彩排为理由想拒绝，因为在他心里一点也没觉得宋燕的感情戏是短板。奈何周围的演员都开始起哄，温丽没办法，只能答应提前说好，我教不了你，要是我演得不好就说，我一定虚心接受。宋燕也客气起来，我要是演得不好，温老师也尽管说。宋燕看了下台本之后，周围的喊着321 action。 宋燕一把将温丽拉入怀中，小狐仙，我究竟对你是怎样的心思，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一圈人围观，温丽被宋燕抱在怀里，让她有些不好意思。她拼命的心理暗示，我是专业演员，要淡定，我从未对一个女子纵容到如此地步，想念到如此地步，烦恼到如此地步，你欢喜我也欢喜，你伤心我也难过，我满口的仁义道德，每次都说帮你只是举手之劳，但我自己知道我对你私心至极。最后贴在她耳边问道，说了这么多，你这个傻狐狸还不明白吗？温丽脸颊滚烫，顿觉她的呼吸都是缓慢而撩人，一瞬间有点分不清这是演戏还是现实，但只希望可以永不停止。他们明明是在秀演技，但心里却都有着秘密。男人借着台词试探的说出爱慕已久的情意，导致女人都有点分不清现实还是演戏。随着宋燕说完台词，她慌乱的拉开了距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恶心巴巴的话，肉麻死了，心里却骂自己不争气，怎么还结巴起来了。宋燕掰过她的肩膀，目光灼灼的低头看着她，虽然肉麻，但每个字都出自我的真心。温丽被撩拨的毫无还手之力，宋燕下意识的扶上她的脸颊，一切发展的都是那么自然，一个向自己喜欢的表白，一个被自己喜欢的人表白，天啊，是吻戏。后面突然传来的声音让他如遭雷击，瞬间清醒，仅仅距离 4.15 厘米的时候，他脱力的喊了声哈，撇过头并伸手挡住了宋燕的吻，尴尬的说着，辛苦宋老师了。周围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果然夫妻对戏就是不一样啊，刚才两位老师的眼神都要拉丝了。汪妙此时满眼的崇拜，温老师你太厉害了。温丽表面装着镇定，其实心里慌的一批，这时旁边有人感叹气氛都到这了，编剧竟然没安排对个嘴。汪妙解释着，原剧里是有的，只是节目组怕时间紧磨合不好，所以台本里删了。温丽听到他们的对话之后，轻轻的扯了下宋燕的衣角，小声的说着，台本里都没安排吻戏，你刚才想干嘛？宋燕一脸得意的说，温老师的这部剧我都看过好多遍了，后面会发生什么全在脑子里。温丽有点埋怨，既然你这么熟，在车里还不和我对戏，还说不擅长。宋燕似乎又回味起了刚才的场景，我确实不擅长，温老师刚刚的眼神我差点没接住，差点让我以为你喜欢我。宋燕的一句话犹如平地一道雷，让她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又给搞乱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远处几个小演员叫着宋燕请求指导。宋燕见温丽没有回应，就打趣的说着，温老师害我现在还小鹿乱撞，我得去工作缓一缓，然后就转身走了。被丢在原地的温丽莫名的就火大，你一把年纪了，你小鹿撞个毛啊。几小时后导演们也都到了，宋燕准备带着温丽去跟丑导打个招呼，俩人走在去休息室的路上，却不知怎么的有点小尴尬，可能是之前对戏的后遗症。于是温丽找着话题说着，那个我和你对戏的时候有点走神，没影响你后面指导他们演戏吧？宋燕摇摇头，没事，我当时也有点走神。你竟然也走神了，带入了自己所以有点走神。温丽一下不淡定了，抓着宋燕问道，那你刚刚是把我当成谁了？唐家人吗？他突然的反应让宋燕愣了一下，下一秒温丽就满脸失落的低下了头，转身说着，算了，走吧，可能不想听到自己不愿听的回答。宋燕赶紧拉住了他，做什么？他嘴里缓缓的吐出了两个字，温丽。他有些不悦的皱起眉，叫我干什么？宋燕表情变得严肃，我没有叫你，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我说我把你当温丽。顶流女明星被其他男演员讽刺没演技，老公实力护妻要为老婆争口气，这位是余伟光导演。宋燕向温丽介绍着，一旁的裘导则默默地审视着温丽，长相确实很贴合冰城里的婉婉，但流量明星这一幕水平还不好说呀。温丽跟余伟光打完招呼，转向对着裘平，他还在期待着温丽会说什么，却没想到他只是简单打了声招呼，说了句我会好好表现的。裘平愣了一下，这话出乎他的意料，他本以为温丽会整那些圆滑哄人的话术来讨好他。几分钟后就开始录制 S 级演技大赏的抽签环节，主持人问着温丽，有没有内心期待的剧本啊？温丽却看向宋燕笑着说，抽到什么都不会给我家宋老师丢脸的。主持人突如其来的吃了一嘴狗粮，随后温丽开始抽签，看到剧本名字后，他下意识的就觉得完了，完蛋了，竟然是一部余伟光拍的权谋电影，感情线还是最难把控张力的近段。抽完签之后，嘉宾开始从新人演员中找搭档来共同完成，宋燕直接选了同校师弟宁俊轩，轮到温丽选了，台下的新人演员都纷纷自荐，温丽一下犯了难，开始纠结起来，旁边的宋燕却突然开口了，要不选我吧。宋燕指了指自己，台上的嘉宾和主持人以及新人演员包括温丽全都愣住了。评委席上的余伟光笑着打断了沉默，你一个人演两个剧本，脑子转得过来吗？宋燕一副悔恨不已的样子，主要是我挺喜欢余导的这个电影，当时因为档期没演上，现在都在后悔。余伟光心想，你算了吧，什么档期，当时明明你说感情戏不行给我推了，
但是他和宋燕的关系好，肯定不会揭穿他。裘平在一旁看着却没觉得惊讶。温丽想借这戏争取婉婉的角色，而戏里除了自己的实力，搭档的能力也很重要。新人演员确实演技不稳定，宋燕这小子那一点心思都偏到老婆身上去了。主持人把目光移到了导演身上，询问着是否可以这样。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温丽终于开心的笑了。比起一帮水平差不多的小妾，还是正宫宋娘娘更得她的心意。而旁边抽到温丽那部玄幻剧的段红却一直板着脸，他是以出演正剧出名，最看不上温丽这样的偶像明星。而且八个助演嘉宾只有温丽非科班出身，却站在顶流的位置。主持人为了缓和气氛 Q 到了他，段老师好像从来没演过玄幻剧，紧张吗？段红笑道，是啊，这种剧本一般都过不了我经纪人那关，挑战挺大的，不过我搭档正经科班出来的，我有信心应该不会太难沟通。主持人听出了话里的意思，有些尴尬的打着圆场。相反温丽却面色如常，因为他知道争论没用，只能靠实力去打别人脸。一天半的时间，温丽努力的跟宋燕排着戏，走完一遍台词。温丽虚心请教着，我刚刚的情绪是不是太激动了？没有，就把我当成段红那样凶。温丽吓一跳，赶紧关了麦，你别说出来啊，我一个人生气就好。你是影帝，他还是视帝呢，到时候节目播出，你因为我跟他交恶对你没好处。宋燕没想到平时傲娇的公主殿下竟然会为他着想了，揉搓了下他的脸，我怎么可能不生气。温丽就故意撒娇的问，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帮我出气？宋燕呆呆的歪着头，我以为陪你演好让他无话可说就是帮你出气了。哎呀，你当时要是给我个眼神暗示，我就直接上去干他了。哟，宋老师除了拍戏还会打架呀？那肯定啊，以前上学为了你打了不少呢，你不知道而已。温丽心情终于好了，撸着宋燕的脸，都是男人，我们宋老师怎么就那么好呢？那既然我这么好，那你能不能喜欢我？老公在和师弟排戏，老婆却幻想着亲密，男人满眼期待的说着，你能不能喜欢我？这一下把温丽整不会了，他撩拨别人心眼子贼多，换成自己就呆得无与伦比。宋燕半天没有得到温丽的回应，虽然在他意料之中，但还是有些失望，于是转移了话题，说再对对台本。温丽一下慌了，这暧昧的氛围怎么能说结束就结束，连忙抓起宋燕的手，毫不犹豫地说，所以你也快点喜欢我。可下一秒就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瞬间脸就红得像猴子屁屁。宋燕也被他的话挠得心跳180，嘟嘟囔囔地说，温老师你犯规了。温丽疑惑地看了过去，这时工作人员突然打开了门，两位老师的麦还 OK 吗？我们收不到音。 OK 的，刚才说了点私事就关了下。温丽这才意识到还在工作，而你情长的话回去再说，追的男人不差这一时半会，以前对我爱答不理的，现在还不是被我搞得步步沦陷。整理好情绪之后，温丽就拿着台本表示我们先各自背背台词，可宋燕却没有温丽那么收放自如，现在的她根本看不进去，满脑子都是刚刚的暧昧氛围。等温丽背完走过来的时候，发现宋燕还没有背完，有点不可置信，宋老师是因为两个台本转不过来吗？顺势就坐下，还挽上了胳膊，卡在哪句了？我帮你顺顺。内心狂喜，助人为乐的同时还能光明正大的贴贴，简直不要太爽了。宋燕被温丽克得死死的，时不时的挠几下让他心神不宁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借口说要去隔壁看看师弟，想让自己冷静冷静。温丽想着也是，总不能自己一直霸着不放，还嘱咐了一下宋燕，宁俊轩天赋不错，就是包袱太重有点放不开，你好好提点一下。宋燕想到人的心都有了，你还是准备好自己的表演吧。到了宁俊轩这边，宋燕明显状态好多了，他们是打斗的戏，一口气就练了2小时。宁俊轩在宋燕身上学到了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刚刚宋老师的动作太帅了，我都看呆了。宋燕一脸阴险的笑了笑，是吗？那跟温老师的文戏怎么也看呆了？宁俊轩吓得想喊娘，我那是被温老师的演技给征服了。休息了一会之后，他们又开始练习，这时温丽跑过来串门看看他们排的怎么样。宁俊轩看见温丽立刻笑嘻嘻的打着招呼，随后跟宋燕说，我们从头来一遍给温老师看看吧。温丽看着他们在地上厮打，羡慕着男人之间对戏真方便，都没什么顾忌，要是换成宋老师和自己对打戏。宋燕双手将他按在身下，胳膊环绕过他的下巴，还用低沉的声音说，你跑不掉的。想着想着就想歪了，还记得上次宋燕说你跑不掉的时候是在床上，宁俊轩突然叫了一声温老师，把还在燥热的想象画面中的温丽拉了回来。温老师，我刚刚表现的怎么样？压根就没认真看戏的温丽眼神躲闪着，支支吾吾的说，挺好的，那个我得回去复习下台词了，然后转身麻溜的就跑了。宁俊轩有点懵，问着宋燕，温老师这是怎么了？可宋燕也没好脸色，心里本就不满刚刚排戏的时候温丽一直盯着宁俊轩看，于是没好气的说着，不知道，顶流女星和痴情影帝竟因为一个男人相互生气，俩人还都觉得委屈。晚上排练完收工之后，车里气氛安静的有点诡异，小助理尴尬的脚趾要抠地，这时宋燕的手机突然响了，打破了寂静。温丽假装不在意的听了个彻底，语音里师弟宁俊轩询问宋燕，有段台词他不理解，想让宋燕帮帮自己。温丽这才睁开眼，你师弟还在排戏，你怎么自己跑了？怎么做师兄的？宋燕本就心里不爽，反问着，你就这么操心师弟？没有啊，我就觉得你跟他一起状态不错，跟我排戏时连台词都记不住。宋燕轻喝了一声，不是操心他，那今天排戏你一直盯着他干什么？温丽压着要爆发的脾气，那你跟他演戏手把手的教，跟我连对台词都走神是什么意思？宋燕觉得委屈，我为什么走神？那都是温老师的责任，你对你师弟就是比对我好，
到底是谁对我和师弟不一样？俩人因为同一个男人争得互不相让，小助理终于受不了了，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吃醋就直接说吃醋不行吗？哼，谁吃醋了？回到酒店后，温丽拿着浴巾就去洗澡，我在外面等你。宋燕的话让她心跳停摆了一秒，忍不住又带点羞涩的把头探了出来。那个，你还是先睡吧，明天一大早就得赶去排练了。宋燕愣了一下，我等你和明天排练有什么关系？心想着明天排练也得等你出来才能洗澡啊。温丽立马转身猛地关上了门。啊，我到底在想些什么黄色废料啊，赶紧清醒清醒，别总想着追男人那点事了。宋燕在外面感觉温丽奇奇怪怪的，但换下半身思考一下就明白了，于是她故意跑到浴室门口添油加醋。温老师，抓紧时间啊，要不我们一起洗会更快。温丽拿起浴巾就慌张地跑到门口，反锁了门，色厉内荏的反驳，一起你个头，抓紧你个头啊。随后宋燕也去洗了澡，温丽靠在床边看着剧本。等宋燕出来后，她立马招了招手，我的好大啊，快过来。宋燕脚步一顿，你叫我什么？母后叫你呢，来和母后对台词，谁叫你在剧本里演我儿子呢？再叫一声试试，我这叫入戏，你生得出我这么大的儿子吗？你怎么知道我生不出？那你生一个给我看看，一个人生不出来，要不要我帮你？温丽也不认输，行啊，生就生，生出来你喊他爹。一把抱过宋燕的脖子，侧头冲着嘴巴就吧唧一下，立马就克住了宋燕。得逞后笑着问他，怕不怕？宋燕紧紧地贴了过去，我怕了。所以你还要跟我玩多久？吊着我很有成就感是不是？利用师弟让我吃醋，你很开心。既然说到了吃醋，温丽也直接说道，明明你跟他排戏很认真，跟我就心不在焉。宋燕一下被温丽气笑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迟钝？你吊着我，我还不能心不在焉？我那是追男人的招数，你会追个屁。温丽在嘴皮子上怎么可能输，我不会追。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手下败将。宋燕深吸一口气，目光牢牢锁紧他。温老师，你知道在床上故意惹我生气会有什么下场吗？女人和老公来回拉扯，满心爱意，嘴上却闭口不提，惹得宋燕的情绪燥热不已。她深吸一口气，目光死死盯着温丽，她下意识的就往后缩，可是她退一下宋燕就进一步，温丽没办法，只能开始道德绑架。宋老师，你一个大男人嘴上说不过我就想用威胁的。宋燕笑了笑，直接一个抱了上去。你这个时候就别嘴硬了，如果你不愿意承认，我也不逼你说，你觉得怎么样跟我相处舒服就怎么样。真的吗？温丽心想还有这种好事，把主动权全交给自己，不过你得给我回应，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温丽就知道果然没有那么容易，随即反驳道，我那是追人招数好吗？那你这几招太厉害了，我每天心里上不上下不下的，实在不是滋味。温丽的好胜心一下就上来了，我的招式真的很厉害吗？宋燕仿佛报复他这几天的心理折磨，轻轻咬了下他的耳垂，你肯定厉害啊，要不然我现在心里怎么会难受？这时温丽本能的就开始挣扎，这就是你的回应吗？刚刚是怎么说的？不是啊，我是痒啊。宋燕没等他继续说就直接贴了上去，唇齿间的温度立马就上来了。可下一秒温丽推开了宋燕，不要，你拒绝就是不喜欢我。宋燕的一口黑锅反扣过去，对得温丽一下语塞。宋燕自己又接回了话，不说话那就是喜欢。然后继续着，他脸上满是红晕，喉间发出低沉的声音，你能不能？话还没说完宋燕就明白了，好好好。随后动作变得很轻柔。第二天温丽和宋燕排练迟到了半小时，温丽跟化妆师解释着，都怪宋老师太磨蹭了。汪妙在一旁笑嘻嘻地说着，难怪听说你不停地给工作人员道歉，午休都不停地练习。这时化完妆的宋燕走了过来，靠在门边，起身的温丽刚好跟她撞了对眼，还有点尴尬地愣了下。汪妙看着俩人的古装扮相，太绝了，终于知道自己的经纪人为什么要自己老老实实演现代戏了。一小时后，汪妙和宁俊轩刚刚完成表演，宋燕和温丽在后场，台上主持人采访着段红，请段老师对刚刚的表演评价一下。很好，说句可能得罪温丽的话，我觉得汪妙那段比温丽的原版还要好，更加细致和灵动，可能这就是科班出身的优势吧。一旁的汪妙听的是浑身冒汗，那些新的设计都是温丽教他的，怎么现在被拿出来踩温丽了？主持人也是很慌张，赶紧说着接下来轮到段老师换演环节了。老师紧张吗？紧张不至于，只是觉得这剧不适合自己，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清楚自己的定位，这种剧还是适合温丽来演，可惜他运气不好，抽到了于导的戏。台下的观众窃窃私语，他是在暗讽三立不是科班出身没演技，没看三立演就硬踩，在他眼里演偶像剧的就是没演技，演正剧就是演技派。我已经开始替三立生气了。温丽在下面听得皱起了眉，压力也更大了，他悄悄地拽了下宋燕的衣服，怎么了？我有点紧张，你快鼓励我一下。放心，有我在，万一我给你拖后腿了，你不怪我吗？我怪你干什么？宋燕的语气更加温柔和坚定，你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一个人在校庆舞台跳舞，更何况现在还有我陪你，哪怕出错了也有老公我给你兜着，所以正常发挥就好。温丽的心情放松了好多，得寸进尺地说着，那要是现在别人是我，你还会这么大度好说话吗？别人那肯定不会啊，你这是双标，不公平对待。宋燕牵起他的手，我做人从来就没公平过，一向是偏心的，谁让我只喜欢你。顶流夫妇对戏的张力简直太甜了。后妈太后被继子皇帝扑倒，太后焦急大喊，朱佑兰你要做什么？皇帝闻言露出一脸惊喜，你叫了朕的名字。太后以为皇帝生气心中焦急，但是听到他要求再喊一声，太后满脸的不可思议，看着他呆滞的表情，
皇帝宠溺重复了第二遍，再叫一声我的小字。随着咔的一声，宋燕和温丽的戏份完美通过。此时听着台下观众的呼喊声，温丽破天荒的变得紧张，这大概就是身边有值得依赖的人，可以尽情的对着他撒娇吧。宋燕拉住他的手给出安慰，没事，有我。但是温丽的担心显然是不必要的，两人无论是演技和颜值都杠杠在线，连这部戏的余导也赞赏有加，制片人更是要给两人量身定做一个剧本。丑导这时像见到宝贝似的，整个人都惊呆了。温丽见状也安下心，他终于可以给自己平反了。段老师，请问我刚才表现怎么样呢？让你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就问你现在的脸疼不疼？不过得饶人处且饶人，温丽也给了他一个台阶下。非科班出身的演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为了演好一部戏剧，会比常人多走弯路和努力。所以我想用自己做例子证明，好演员不只是科班出身才行，真材实料才是实力。当然，我的演技还需磨练，我会努力向所有科班出身的演员看齐。比如我身边的宋老师，演绎两个剧本的同时，还能一遍遍陪我过戏的科班演员。哦，妈妈，我的 CP 撒狗粮了。主持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还把宋燕毛遂自荐做温丽搭档的事说了出来。温丽这时还想解释，但又被台下的欢呼声掩盖。满满的狗粮让大伙忍不住调侃宋燕。宋燕，你承认吧，见不得你老婆跟别人演感情戏。温丽此时也看出宋燕的不自在，安慰这段会剪掉的。观众听见瞬间炸开了锅，反对不能剪掉，而且我们还要看亲亲，纷纷起哄亲一个亲一个。糟糕，场面怎么开始失控了。宋燕这时回归状态，笑着拒绝，不了不了，回家再说。两人顺利回到后台，总算有惊无险通过了。突然听到宋燕的叹息声，温丽又开始紧张，是我哪里演的不好吗？有他带着自然没问题，只是觉得有点可惜，观众的要求并不过分。温丽听后羞红了脸，难得同意了宋燕的想法。在他疑惑转过身询问时，温丽主动上前亲吻了宋燕。看在你这几天表现不错的份上，所以我满足你的想法，给你奖励一个吻，以资鼓励再接再厉。自从宋燕确认温丽的心意后，就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温丽为所欲为。温丽羞红脸拉紧衣服，宋老师你收敛一点。但宋燕更加得寸进尺，发现老婆喜欢我了，还需要收敛什么呢？两人抽空看过太后金安的原片后，才发现宋燕错过这个角色有多可惜，把她的长相和气质搭配实用，这部剧就更完美了。可是一想到宋燕身下压着别的异性，温丽就酸了，忽然觉得不可惜了。宋燕摇了摇头，这不是绝对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魅力，我也是有考虑过的。温丽笑眯眯戳了戳宋燕的脸，别跟我说你感情戏不擅长，结果恰好相反，演起偶像剧来你可比那些男艺人好多了。这话就激起男人的攀比心，宋燕下意识拿跟她合作过的异性对比，这毋庸置疑是她最好。温丽也毫不吝啬称赞她，你可以放心，在我心里你跟他们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哎呀呀，听到老婆的最高夸赞，别提宋燕有多开心了。那既然我已经称赞过你，现在是不是该换你了？宋燕却假装不懂温丽的意思，所以温宝宝生气了，哼，不说就不说，那就洗洗睡吧，只是想逗他一下而已，结果他居然生气了。宋燕宠溺把人拉回亲吻，你怎么一点耐心也没有？你明知我在暗示什么还跟我装傻，什么人啊？老婆闹别扭的模样太可爱，没忍住，哼，我可爱还用你说吗？嗯，知道你可爱了，那今晚我们还对戏吗？宋燕这是明知故问，都演过了还对什么？于是温丽继续说起裘导要他去试镜吃饭的事，饭什么时候都能吃，如果不是我长得像管管，还轮不到我试镜呢。宋燕开始心不在焉敷衍，长相也是一种优势，好好准备吧。于是宋燕开始第二次暗示，工作聊完了吗？温丽再次担忧试镜结果，要宋燕传授他点经验，没问题，那就睡醒再说。所以现在聊完了没？听着宋燕老是重复这句话，温丽挣脱他的手炸毛了，你是不是不耐烦了？宋燕干脆埋进他的怀里承认，明晃晃说出他想花爱的意图。这样子的宋燕是温丽从未见过的，但是吧，他的厉害温丽也是见识过的，果断拒绝，先让宋燕传授经验，没问题，你拒绝你的，我继续我的。所以当温丽还想拿本本要记录，宋燕二话不说抽走扔了。美曰其名骗温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课本不同，需要实践，感受着宋燕亲吻他的锁骨。温丽开始还愣住，现在试镜需要牺牲这么大吗？但后面想想不对劲，当即把怀里的宋燕推开，冰城的戏里面好像没有床戏啊。接着拉紧身上的衣服指责，宋老师请你别仗着自己帅就为所欲为。你说错了呢，我明明是仗着你喜欢我才为所欲为，他是小学生吗？老是把喜欢挂在嘴边还不止呢。宋燕还轻咬他的耳朵又哄喊学长，当听到温丽乖乖小声喊出一声学长，瞬间激起宋燕的热情，亲吻住温丽。他这样的态度让温丽感到害怕，学长你轻点。事后温丽不解询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我喊你学长？因为他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上你，喜欢了你十年，也等了你整整十年，再次听到这句学长，那就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满足感啊。百亿影帝本想给粉丝发点福利，结果却在直播间当着千万观众的面被老婆直接糊脸。在三立夫妇录完 S 级演技大傻之后，人间有你的导演被气得火冒三丈，
他来演导被温丽夫妇气得不轻。在咱们这老式关摄像头，东拼西凑预告也只有30秒，在别人那里上来就是竞技链，预告整整2分半。这时严导突然满脸阴险地说道，我们改台本，在公益直播里加台本，他们总不能直播关摄像头吧。翌日人间有你的几对夫妻来到公益直播间，三丽夫妇再次合体，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热闹起来，主播在一旁 Q 起了流程，这次我们的直播不是纯带货，还会让嘉宾通过做游戏来宣传商品和增加夫妻感情。看着直播间的1000来万人，温丽拍了拍宋燕，咱可不能输，不蒸馒头得争口气。随后主播拿上来一盒纸巾，为了验证狂风纸巾柔软又不易破，所以我们来一个传纸巾的游戏。顿时弹幕里成群结队的土狗都来了，规则就是一个人咬住，然后另一个人用嘴接，规定时间传递最多的夫妻获胜。温丽立马进入战备状态，就等一声哨响开始。没多久其他的夫妻多多少少都有失误，然后就眯到了一起。然而三丽夫妇不慌不忙，稳如老狗般的流水线。赢了比赛后他还在直播间里问粉丝，咋样，我厉害不害？你厉害个球，你该死的胜负欲能不能收一收？粉丝们都不乐意了，吵着闹着要再来一轮，这次换成宋美人先传递。温丽朝着纸巾慢慢靠近，宋燕故意的呼出阵阵热气，温丽感受到了之后停止了动作，于是宋燕勾了勾手指示意他过来。见他没反应，宋燕单手捧起他的脸往自己这边带，纸巾算是传递了过去，粉丝们也终于磕到了。宋燕好混，美人你老婆是愣仔你不是？宋燕把纸巾塞到温丽嘴里之后，自己准备再次去接，谁知他掉了，纸巾掉了，弹幕上都粉丝都激动坏了，我要看你们彻底清场。谁料温丽一巴掌盖住了宋燕的脸，还严肃地教育他，你给我认真点玩。顿时全场的人除了温丽脸上都是点点点点。温三丽你是钢铁厂长大的，这女的就白长一张神颜，愣得人神共愤。直播完了后，温丽看着热搜说她是反向带货第一人，她还十分不理解，明明主播刚跟她说纸巾都卖爆了，然后举着手机给宋燕看，宋燕没好气地说，别问我，找你粉丝哭诉去。感觉宋燕情绪不对，温丽凑低了看着她，你是因为直播我呼了你一巴掌生气了？宋燕撇过脸，委屈巴巴地表示，没生气，我就是心疼我自己。他回想了一下刚刚的热搜，好像有个心疼宋燕，再看看宋燕的样子，他忽然卯足了劲朝他扑了上去。宋燕掐着他的脸蛋，无奈又嗔怒地说着，你干什么呀？温丽则语气甜甜地道，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宋老师你这么可爱。女人一巴掌直接呼到男人脸上，在直播现场拒绝了老公的贴贴，回家后男人委屈巴巴地不想搭理他，女人被老公的小模样逗笑了，直接搂了上去。宋燕满脸怨妇样地掐着他的脸蛋，你干什么呀？宋老师，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可爱。宋燕面对温丽的撒娇是毫不抵抗力，一副放弃治疗的样子，我可不可爱不知道，但是挺好哄的是真的。温丽憋着笑故意说道，好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夸你手段高明的意思，我甘拜下风。说着还亲吻了一下手，嗨嗨，这算什么？温丽正经的红起了脸，那个我还有更高明的呢，手指还勾了勾，你想不想领教一下？宋燕此刻血气上涌，还请温老师赐教。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有一道细小的电流声从背后传了出来，温丽一把按住宋燕的嘴，回头开始寻找声音的来源。很快他发现了背后那个亮着小绿灯的摄像头，摄像头心虚的慢慢的转了个方向，温丽一下手动怒关了所有设备，两人尴尬到了极点。宋燕很无奈，怎么没人在家摄像头也不关的吗？今年最敬业奖要是不颁给人间有你的工作人员，我都觉得有黑幕。把房里的眼睛清理干净之后，宋燕一把抱起了温丽，迫不及待的想领教一下更高明的手段。与此同时，监控室里有一个人在哀嚎，悔恨着自己为什么要手贱去碰那个收音设备，不过幸好前面的素材也够了。快要被三丽夫妇逼出更年期的严导正在和同事聚餐喝着闷酒，刚刚拍到素材的工作人员立马打去电话报喜，哈哈哈哈。严导忽然红光满面的站了起来，冲着所有人举起了杯。翌日三丽夫妇就找到了严导，想要删掉昨天拍到的东西，严导当然不答应。温丽无奈，那把后面的那些话删掉吧，观众还有18下呢。严导咬了咬牙，那行，后面的删了。这下宋燕不愿意了，跟温丽说着要不还是全删了吧。不行，宋老师，你老婆夸你可爱这话有什么不能播的？宋燕看着严导这么激动也是有点懵。温丽挠了挠头，其实我也觉得这句还好。宋燕无奈微微皱眉，那好吧。几天后人间有你的预告片播出，粉丝们都在追问删减的片段，车里小助理看着热搜，啧啧啧，又是低呀。不过姐你们到底删了什么？温丽装作没听见的故意扯开话题，宋老师你看那几句话留下来其实挺好的。宋燕没有说话，其实她知道这句话是没什么问题，只是说这句话的人带脸上的笑容，眼里的柔情和甜甜的声音，她只想自己私人专有，不想被别人看到。旁边的温丽看着宋燕似乎还是不太开心，她掰过她的脸，其实严导说的也没错，你老婆夸你可爱确实没什么不能播的呀。然后温柔的凑上去啾咪的一下表示着安慰。老婆前脚刚刚哄好老公，后脚自己就吃起了10年前的陈年旧醋。这天三丽夫妇去和裘平导演吃饭，刚进去宋燕向温丽介绍着，这位是周编剧，周先生您好，你真的和我想象中的婉婉是一模一样，谢谢周先生。客气了一遍之后，裘导缓缓开口，今天是私人饭局，都是熟悉的导演和制片人，温小姐不用拘谨，随便坐。这时于伟光开口了，阿燕太太，你那个太后的角色表现得真不错，私下花了不少功夫吧？于导过奖了，是宋老师帮了我很多，还好他带着我才能发挥得当。于伟光将视线悠悠地转向宋燕，当初看不上这本子，现在倒是有闲心陪太太琢磨了。宋燕尴尬的抿唇，我怎么可能看不上您的本子，马后炮吧你。
不过我倒是想起你刚入圈的时候比你太太可木头多了，我为了教你口水都收干了。宋燕乖巧的点头，是是是，辛苦您了。温丽则在旁边偷笑着，没想到宋燕也有这个时候。辛苦倒还好，就是你那时候连累家人也陪你一起被我骂。听到唐家人的名字，温丽微微愣了一下，宋燕立马看向了老婆，生怕她会心里不舒服。仅仅几秒，温丽在别人察觉前立马笑嘻嘻的谈论了起来。我觉得于导你的教导还是很有效果的，他们两个真的演得很不错，主要还是年纪合适，青涩的刚刚好，现在他俩未必就演得出那效果了。旁边的制片人也调侃了起来，等唐家人去求导那里试镜的时候，你让宋燕陪着搭个戏就好了。听到这里，温丽分了神，不小心碰到了高脚杯，而制片人还在说让于导再重新给他俩拍一部就当帮影迷回忆青春。温丽擦拭着手，心里想着这就是经典吗？这么多年过去了还会被人挂在嘴边念念不忘，他和唐家人这对荧幕情侣。这时桌下缓缓伸过来一只手握住了他，柔声问着，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担心过两天的试镜。宋燕又追问了一下，除此之外呢？温丽生怕被别人发现他们的小动作，抽出了手，赶紧说着，没有了呀。宋燕刚想张嘴继续说什么的时候，温丽突然脸色一变，怎么办？我想去洗手间了。温丽出去后，于伟光凑上来悄悄问宋燕，你太太是不是介意刚才的话了？本来我也以为她介意，不过我刚问了，是我想多了。但是温丽不介意反而让宋燕心里有一丝的不开心。此时温丽在洗手间心里也很复杂，换作以前她是不介意的，之前吃宁俊轩的小醋最多只是矫情，宋燕也不会当真。但唐家人就不同了，宋燕出道时最青涩真挚的表演是和她一起完成的，对宋燕来说应该是很难忘记的经历吧。但自己也是演员，如果介意会显得很无理取闹。反正宋燕现在喜欢的是自己，十年前喜欢谁管他呢。阿燕太太，于伟光突然出现在背后，刚才我边上的制片人平时习惯了口无遮拦，你不要介意啊。温丽赶紧摇头，没有啊，我是在想之后试镜的事呢。哈哈，这样啊，那是我想太多了，没事我们就回包厢吧。温丽在后面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于导，他还是叫住了于伟光，虽然我确实不介意，不过您能跟我说说十年前宋燕拍电影的事吗？你怎么不直接问阿燕呀？温丽尴尬的笑了下，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吗？心想着总不能直接问宋燕，说我想知道你和唐家人当初有没有擦出爱的火花吧，那也太没面子了。哈哈哈哈，说吧，你想听什么？温丽纠结的说道，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越详细越好。男人陪老婆去参加饭局，没成想别人聊起了他十年前的荧幕情侣。对于年少的真挚演绎，温丽一直很介意也很好奇，他犹豫许久还是向于伟光开了口，于导，您能跟我说说十年前宋燕拍电影的事吗？如果您不介意，越详细越好。哈哈哈哈，我记得我是在他高中的学校碰到他的，那时我邀请他来拍电影被拒绝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又突然找了过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演员会有出息吗？能赚很多钱吗？说了许久，温丽从于伟光那里听来了很多他所不知道的事，比如宋燕高中的时候缺钱，可遗憾的是还是没听到重点。这时宋燕找了过来叫他们回去吃饭，就看见于伟光和温丽在聊天，宋燕小声嘀咕着，老师跟你说了什么？说了你的黑历史。回到饭桌，温丽主动举起了杯，各位都是我前辈，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我先厚个脸提前感谢各位以后的照应了。他说完就很爽快的一饮而尽。来来回回喝了几杯之后，宋燕拉住了老婆的手，我来帮你喝吧。温丽小声回应着，我真的很想拿到这个角色，所以你不要帮我，让我自己来。但是你看你的脸都红了，还是我，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我喝不下了还能卖萌装可怜，他们就不好意思让我喝了，而且就算我醉了不是还有你这个老公伺候吗？宋燕只能无奈的答应了。没多久，温丽就醉醺醺的举起了杯，前辈，今天不是宋燕和宋燕太太，是温丽和温丽老公，有什么事冲我来？众人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阿燕，你今天竟然要你老婆罩你啊？宋燕本来还担心温丽面对应酬会不自在，谁知她根本不需要自己，自己只用当个贤惠的老公就行。一顿饭吃了将近三小时，求导临走时对温丽说，过两天的试镜你放轻松，就平时自然的状态就很像婉婉了。于伟光蹭着空隙也偷偷的指点温丽，求导是个很看重眼神戏的导演，试镜时你把最真实的感受带入进去，千万别拿表演技巧糊弄他，就想象面前有个你爱的或者恨的人，当初阿燕也是这样才顿悟的。老于，走了，司机来了。好嘞，来了来了。导演们走后，宋燕就搀扶着老婆也准备上车。宋小少爷，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温燕，温丽的舅舅，我们聊聊。宋燕交代着小助理在车上等，舅舅开口就是问罪的话，你和温丽一起应酬，他醉成狗，你跟个没事人样，宋少爷就是这样照顾我外甥女的。宋燕不缓不慢地说道，他心疼我不让我喝，不过温总没被外甥女关心过，应该也不懂。温燕的声音变了，你在跟我炫耀？怎么，宋少爷希望我恭喜你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用真爱打败了我这个棒打鸳鸯的封建家长。宋燕也丝毫不给面子，不需要，你的恭喜对我来说不重要，既然没事那我先走了。温言眼神里三分清冽四分薄凉，我父亲当年念在和你父亲的交情，好心资助你到内地来读书，结果你反倒拐走了他的宝贝外孙女，既然木已成舟了，不管你和他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得照顾好他，而不是让他心疼你。宋燕，温丽大喝一声的跑了过去，你不在跟前伺候我跑这跟别的男人说什么悄悄话。喝醉了的温丽毫无畏惧，就你个单身三十多年的老寡王，除了一张脸一无是处，没女人看得上你，你就来觊觎我的男人了。舅舅被气得太阳穴突突的，温丽你是不是皮痒了？略略略，有本事你揍我呀，你敢碰我一下我就报警抓你，你听听你自己说的都是些什么胡话，就你正经死了。
所以才找不到女朋友。说完拉着宋燕就上车跑了。回到车上，温丽搂着宋燕，你把我扔一边跑去跟别人说话，你怎么当老公的呀？只是说了两句话而已。温丽瘪起嘴，那你跟唐家人呢？啥？宋燕一下没跟上他跳脱的思维，从温言扯到唐家人，他直勾勾的盯着宋燕，我吃醋了，但是你不能觉得我无理取闹，因为这是我喜欢你的表现，要不然我才懒得吃你的醋呢。宋燕眼底都是笑意，好的，我明白，那你明白了还不快哄哄我？哄我？快点的。前面的小助理和司机尴尬的脚趾抠地，缓缓的升起了车内挡板。温丽哼哼唧唧的，就这抱一下就想打到我，我有这么好哄吗？那我再换一个。说着就凑了上去，没几秒温丽推开了宋燕，你到底能不能行啊？接吻不伸舌头那还是接吻吗？一场饭局下来，女人的醉意开始荡漾，当着助理和司机的面就想亲亲抱抱举高高，虽然升起了挡板，但奈何还是能听见稀稀疏疏的声音。温丽一个醉鬼害的车上三个清醒的人只能尴尬的装聋和作哑，好在很快就到了家。导演兴奋的打电话，温丽他们回了，快打开室内摄像头。那个，可是宋老师一进家就关掉了摄像头的外置开关。什么？导演被气得念起了三字经。回家后，温丽躺在沙发上，那个关了吗？得到宋燕肯定的答复后，他立马拉着她贴着自己坐下。宋燕轻摸了一下老婆脸蛋，你脸怎么这么烫？因为我热呀。宋燕立马起身准备把空调温度调低点，可是却被温丽一把拽了回来。温丽趴在宋燕身上有理由气地说，你是不是傻呀？我热不是温度高，是你在我旁边，所以我的心so hot。显然宋燕没见过这么油腻的招数，表情复杂的道，你好好说话行吗？嘿嘿，丫头，我这么说话你不满意吗？醉鬼，好好说话，信不信学长揍你啊？我再好好说呀，而且都是真心话，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我一看到你就心跳的好快好快，跟别人拍戏心里一点波动都没有，但是跟你对戏明明是戏里的告白，但我总厚脸皮觉得是你在对我告白，都是你的错，害我一点也不像专业演员了。冰城也是你演，你要是连累我演不好怎么办？宋燕一脸宠溺道，那我就不去演了，你去好不好？不行，你还是得演，这么好的剧本我想跟你一块演。宋燕心里被他的话填得满满的，虽然是酒话，但是直白的让人招架不住。还有我和唐家人竞争冰城的角色，你必须无条件支持我，知道吗？那当然。哎呦，宝宝你真乖，我真稀罕你啊。宋燕笑了笑故意装傻，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温丽微微皱眉，又以为他真的没听清。我真喜欢你，我真喜欢你。他来来回回又说了几次，我没听清，我特么的喜欢你。你特么的是不是聋了？那还不是你酒醒了就不会说了，我肯定得听够本才行。两人躺了一会后，温丽突然说道，我今天听于导说了很多你的事，他说你之前好像很缺钱，你要是缺钱的话其实可以跟我借，我有钱，不过你那时也不会问我借，因为你讨厌我，要借钱你肯定也是找百森哥了。说着说着他就生气了，所以你那时为什么讨厌我？我那么漂亮，平均一周被表白两次，你什么眼光啊？你不会喜欢男的吧？对啊。温丽感觉自己恍然大悟，他那时不喜欢自己肯定是他有问题。你之前跟我协议结婚，就听说你不是很直，为了自证才跟我结婚的。挖了个靠，我这该死的魅力，我竟然把你掰直了。宋燕抓着温丽的手挪动，你坐到我身上起他就一直这样了，能证明我了吗？喜欢男人又不代表不喜欢女人，没有说服力，不过无所谓，我高中也不缺人喜欢，你讨厌就讨厌呗。宋燕神情一下就低落了，是啊，高中的你也不稀罕我的喜欢。温丽突然心头一紧，平时他肯定会继续嘴硬，但是现在他很心疼。可是那时候你不稀罕我的喜欢。温丽慌乱的解释和宋燕平静的陈诉声叠在了一起，好在他们也都听清了。宋燕扶上了他的脸，看着温丽紧张的神情，用低哑的嗓音说着，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明明我连喜欢你都不敢，没什么敢不敢的，我现在就告诉你，喜欢就上，我允许的。自从小老鼠喝醉宋大米关摄像头之后，人间有你的严导就一心想把宋燕手机里的录像导到手，奈何不管怎么说，甚至是花钱买宋燕也不答应。可严导毕竟也是混迹综艺界多年，鬼点子也不少。第七期预告准点播出，画面里宋燕扶着颤颤巍巍的温丽躺到沙发上，粉丝们很快看出来她是喝醉了。这时宋燕突然出现在屏幕面前，还给了个大大的特写，粉丝们正在激动的时候黑屏了，并配上字幕，很抱歉宋老师关了摄像头。弹幕此时都是七嘴八舌控诉宋燕的，突然画面又亮了，已经变成第二天他们刚起床的时候。好家伙，这一晚上的空白给了粉丝们无尽的遐想。紧接着就是宋燕递手机去洗手间看视频，然后又黑了，这一下就炸了锅，弹幕全是要看宋燕手机的。严导这锅甩的是理直气壮，而且预告再一次冲上了热搜。另一边刚刚忙完的温丽准备回家，明天他就要去求导那试镜了，算是挤出了一点时间能回去和宋燕对对戏。下车后他正在感叹自己人红通告多，助理文文突然好奇地问道，姐，宋老师手机里到底有什么呀？温丽刚刚脸上小傲娇的表情立马变成了惊恐，又害羞又慌张，你问这个干什么？热搜上都在刷呢，姐你自己看看吧。温丽赶紧掏出手机，她才想起来今天是人间有你出预告片，脸色逐渐变得复杂，看着全是要偷宋燕手机的话题，她屏幕上的手指不由得微微用力，有点担心起来，一个闪身蹲到了墙角，立马给宋燕打去了电话。喂，大米啊，手机你没给别人看吧？宋燕此时也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没有啊。温丽不放心的继续道，要不你还是把那个视频删了吧。不删，宋燕斩钉截铁的回答道。温丽没办法，河东狮吼似的，那你保护好你的手机，要是给其他人看到了你就完了，你给我小心点。说完就挂了电话。于是宋燕变成好奇宝宝调侃了起来，给温丽发了条消息，如果被看见了我怎么完了呢？野蛮女友看过吗？
野蛮老婆想见识下吗？结果他刚发完还没多久，助理文文又在后面姐姐姐的叫了起来，咋了呀姐，你看宋老师刚刚发的博。温丽做好了心理准备，打开了宋燕的博，看着一个简单的想字，后面还有个表情，但是下面跟了几张小老鼠的截图，竟然就是刚刚他们的聊天内容。温丽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小助理面前逃回了家，他的心脏受到了狠狠的一击，没想到宋燕会爱得这么狂，他有点承受不起了，跑到宋燕面前凶道，你在博上胡言乱语些什么呀？宋燕一副欠揍的模样，你再说我就去找你的粉丝告状了。粉丝是你爸还是你妈？还告状？温丽一边说着一边抢着手机，我不给你。说完宋燕把手机丢到了沙发上，要不你先让我看看野蛮老婆的样子。最后的女人是猛的一批，不但豪放的表达爱意，还叫男人勇敢做自己，喜欢就上别墨迹。可当两人刚开始降降酿酿，女人就抓着他捶打不放，怎么你不是说别墨迹吗？后悔了？温丽一脸娇羞样，不是后悔，是你太……说着说着还流下了娇滴滴的泪，娇气，这都受不了，那休息一会吧。这下温丽可不乐意了，谁娇气了，我可是大猛一，再来。经过一晚上的折腾，第二天温丽酒醒后头痛欲裂，浑身酸痛，宋燕贴心的递上一杯水，然后在对面坐下，笑眯眯的盯着他。温丽咬着水杯十分警惕，反正昨天的事他是一个字都不会承认的，问就是断片了，昨天你喝醉了知道吗？温丽顺理成章的开始装傻，反正就是打死不认，是吗？我做了什么了？不记得了爷，没事，稍等一下。说着宋燕拿出手机递给他，你去洗手间看吧，那里没有摄像头。说完自己还笑着冲摄像头说早安。洗手间里温丽颤颤巍巍的点开视频播放，昨晚他们酱酱酿酿之后洗完澡，温丽困得不行了想要睡觉，宋燕却拉着老婆不让，等会再睡，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喜欢我吗？温丽吧唧一下拍在宋燕的脸上，你说的不是废话吗？要说喜欢或者不喜欢，温丽点着头，我喜欢。喜欢谁？说名字，完整的连起来。宋燕一边录着一边让温丽说着，我喜欢宋燕，贼喜欢，贼就是非常的意思，不是说你贼哦，这个我知道。好了，我问完了，可以睡觉了。可温丽不知怎地突然喃喃地说道，那你呢？你喜欢我吗？我吗？宋燕看了看，然后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颊，一脸深情的，我爱你。温丽一下就急了，不公平，喜欢是两个字，我比你多一个字。宋燕无奈，不是该我说不公平吗？温丽不服气地嘟起嘴，你意思是我委屈你了？我的男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不信我唱给你听。宋燕宋燕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视频就在温丽高亢的歌声中结束了。从洗手间出来的温丽脸色涨红，尴尬的无地自容。这时宋燕接到了严导的电话，我刚听见了，温丽昨天喝醉，你关了摄像头，但是你自己录了，又不是不能播，不算合同里的，我们单独买行吗？宋燕想都没想，不好意思，就是不能播的，然后直接挂掉了电话。宋燕走到温丽面前，温丽不好意思的别过头，看完了，嗯，看完了。看着温丽害羞的模样，宋燕笑了笑，那你还想赖账装傻吗？小老鼠不赖了，送大米。男人头天刚在网上公开秀恩爱，第二天又偷摸换好衣服跟着老婆去工作。温丽疑惑的看了过去，你今天不用去剧院吗？今天剧院放假，我陪你去试镜。宋燕一边说一边关上了车门。温丽很奇怪，以前怎么没看你跟着，又问道，你是今天约了球导？没有约，就是陪你。小助理吃一脸狗粮，一起去也好，要是球导有要求，宋老师还能搭把手。温丽傲娇的撇着头，我又不是小朋友，还需要帮忙？我的姐呀，有老公陪着还不好，别死鸭子嘴硬了好吗？宋燕立马做出要下车样子，嘴里还说着，你不喜欢我陪那我就不去了。温丽一下就急了，下意识的拉住他的胳膊，哎呀，没有不喜欢啊，开车开车，早这样不就好了。到了试镜的地方后，温丽跟着工作人员去做妆造，宋燕则去找导演了。刚进化妆间，温丽就看见造型师正在帮另一个人喷定型，工作人员跟化妆师交代着，温丽则稍稍侧头看去，竟然是唐家人。唐家人也注意到了温丽，缓缓起身，语气温婉的说着，之前行程一直空不出来，好不容易今天有空来试镜，没想到和你撞上了。你好温丽。温丽也没想到会撞见他，礼貌的回应，唐老师你好。不用客气，你是阿燕太太，我和她是老朋友，你和她一样叫我家人就行。虽然唐家人的话礼貌又亲和，但他听着就觉得怪怪的，管他有没有别的意思，先对回去再说。温丽笑着摇摇头，那怎么行，我老公是我老公，他怎么叫你跟我怎么叫能一样吗？那不然我老公平时叫我宝宝，唐老师难道也跟着他叫我宝宝吗？唐家人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温丽会用这样的方式婉拒，还好工作人员叫他，他才回过神跟温丽打了招呼先去试镜了。宋燕这边也找到了球导，他们相互打了招呼。这时副导演李哥好奇地问着，今天来试镜晚晚的艺人都和宋老师关系不一般，正好你太太不在，说说你和唐家人之前到底有没有谈过啊？球导死命地拽着八卦的李哥。宋燕皱着八字眉，言简意赅道，没有，不可能吧，真没有。那些爆料的说扒了你的情史，说唐家人是你初恋，分析的有理有据的。宋燕扑哧一下笑了起来，真是辛苦他们了，情史还真有一段，这不今天陪着来试镜了，就一段，那不就是他老婆？两位导演都难以置信，在这个圈子里还能有这么干净的。这时唐家人进来打破了他们刚刚的话题，宋燕见状起身准备出去，毕竟别人试镜他也不方便在这。唐家人看见宋燕也是一愣，随即迅速掩饰了眼中的神色，笑了笑，没想到你今天会过来，那有什么想不到，毕竟我要陪我太太，你们继续，我出去逛逛。说着就向外走去。这时球导叫住了他，酒店有什么好逛的，你在正好可以搭搭戏。宋燕犹豫了下，但又不想剥了导演的面子，缓缓说道，
那我就对个词吧。十几分钟后，唐家人试镜结束，礼貌地打完招呼离开房间。副导演当即说道，他是最好的，但由于周编剧的执着，裘导却没有急着下决定。唐家人在回化妆间的路上碰见了完成妆造的温丽，虽然他之前也关注了他洗演技大赏的综艺，知道温丽民国造型很出圈，可亲眼看见还是让他大为震惊，自信的眼神也暗淡了几分，但还是走过去拍了拍温丽的肩膀。周编剧眼光很准，你确实很像，不过光像可是不够的。女人跟老公传闻中的白月光第一次正面交锋，表面上笑嘻嘻的温婉有礼，实际内心却是暗流涌动。这天温丽和唐家人一起试镜同一角色，唐家人先行完成后往化妆间走去，刚好撞见了刚做完妆造的温丽。看着温丽的民国造型，唐家人内心有点震惊，但丝毫没有表现在脸上，还走上前暗暗较劲，你确实看着很像婉婉，但光像可是不够的。温丽没有过多理会，直接走去了试镜的房间。导演们好，她穿了件有大片刺绣的旗袍，饱和度很高，色彩毅力，看上去就是风情万种的模样。裘导拍了拍身边的副导，赶紧给老周打电话，他的婉婉活过来了，老周还堵在高架上呢，你跟他说温丽是好妆了，他会直接从高架上跑过来的。可温丽这时却皱起了眉，浑身的不自在，因为刚换好戏服的宋燕正明晃晃地盯着他，目不转睛，含情凝睛。这时裘导开口道，你们就来婉婉和霆锋第一次见面那段吧。刘洋归来的将军独子霆锋是人们眼里的纨绔大少，他的婚事是全城姑娘的焦点，可他却不惜一切娶了窑子里的女人，所有人都为霆锋的痴情和这个女人的好运唏嘘羡慕。然而这却只是一场为潜伏遮掩的虚假恋情。霆锋透过窗纸往里看去，房间里坐着个女人，昏黄的光线摇摇晃晃，一张漂亮的脸影在灯影下半明半暗。婉婉看见门口的英俊男人，眼波妩媚，语气勾人，哟，贵客来了。贵客别紧张啊，说着婉婉牵起了霆锋的手，引他坐下后开口道，是第一次来吗？霆锋显得手足无措，视线回避，是的。哎呀，那我运气真好，贵客的第一次我就欣然收下了。说着还扶上了他的大腿，放心，我会伺候好您的。宋燕此刻有点出戏，心里全是小情绪，平时让他抬个腰都不乐意，演起戏来倒是什么都愿意。婉婉顺势凑了上去，小声喃喃道，保管您少条腿从我这出去。就在这时，霆锋发现门外好像有人在偷听，本来不好意思的他立马又变成了人们心中的纨绔子弟的样子，跟婉婉调笑道，那我少个腿呢，你得吃了，可不是吗？他们你来我往的好半天，发现门外没了动静，霆锋才小声道，上头让我过两日接你回宅子，你做好准备。知道，我等你。这段戏结束后，温丽坐在宋燕腿上侧过头，求导，后面没了，我能起来了吗？哦，起来吧。温丽眼底眉梢的万种风情瞬间消失了，呆萌地问着宋燕，刚刚我表现还可以吧？随后求导又让他们即兴来了几段，看完之后求导表示心里大概有谱了，没有明说，但是交代温丽让他赶紧和宋燕把那个综艺先拍完。这时满头大汗的周编剧气喘吁吁地赶过来，试完了，温丽拉着宋燕就跑，有录像，您看看。一路小跑到化妆间门口，还好跑得快，差点要加班了。宋老师，祝我们接下来在剧组里合作愉快。宋燕眼里满是宠溺，合作愉快，我先去卸个妆，你弄完了车上等我。温丽交代完径直走进了化妆间，而此时的唐家人换回了自己衣服也在里面。温丽在化妆镜前坐下，看向了唐家人，顺嘴问了下，唐老师怎么还没走？我想等你试镜完跟裘导聊聊。温丽哦了声说，那你现在可以去了。唐家人俯身到温丽的旁边，这就是所谓老天追着喂饭吧，可惜你的演技还配不上这个角色。两个女明星为了竞争同一部戏，除了 PK 演技，嘴上也是都不服气。前脚温丽炫耀老公叫自己憨，后脚唐家人就质疑她的演戏能力，你就是运气好，有张老天爷追着喂饭的脸，只可惜你的演技配不上他。温丽听到此话皱起了眉，怎么，你很了解我？唐家人自信地笑道，我不了解你，但我了解你的作品，不过有一说一，你穿旗袍确实很漂亮。唐家人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小助理却有点懵逼，姐，他怎么还夸你漂亮啊？你个猪脑啊，就是因为是竞争对手才要承认对方的优点啊，要不然把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当对手，那他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可是他有一点错了，只承认我漂亮却忽视了我的努力。另一边唐家人已经找到了裘导，裘导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出了内心的决定。唐家人却有些不甘，就因为他长得很像婉婉吗？虽然角色贴脸是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仅凭这一点就不是。裘导打断了他，是因为他进步很大，自己下了功夫，宋燕也教了他不少东西。听到宋燕的名字，唐家人笑了笑，难怪的，你放心，下次有好的本子我肯定第一个就拿给你。唐家人嗯了一声，然后又看了看四周，宋燕呢？走了吗？他应该和他太太在一起吧。随后唐家人没有离开，反而又往化妆间走去，刚到门口就听见温丽和宋燕的对话，这戏服我怎么穿回家？我才不干这事。文文你去跟裘导说，宋老师要顺走戏服。小助理直冲冲的朝门外走去，差点和唐家人撞个正着。唐老师你怎么又回来了？那个，我来跟温丽说声恭喜。小助理立马对里面喊着，姐，唐老师找你。温丽身体前倾往门口看去，发现他的视线正落在宋燕身上，只见唐家人笑脸盈盈开口道，你也在啊。男人只是礼貌的点了点头回应，然后很快就侧过头，懒懒的靠着椅背，拿出手机摆弄了起来。唐家人随即收回了视线，对着温丽，恭喜你了。温丽起身谢谢，又补充道，如果唐老师有疑惑可以看看试镜录像，没必要，裘导说的话不会有假。裘导怎么说和唐老师怎么想是两回事，因为我知道竞争对手是你，所以我下了很多的功夫，如果不是你给我压力，我今天未必会发挥的这么好，我还得感谢唐老师。听完温丽的话，唐家人叹了口气，看来自己真的输得很彻底，释然道，
刚都是客气话，现在这句是真心的。恭喜你拿到这个角色，希望有机会在下届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上看到你，成你吉言了。说完唐家人也没久待，头也不回的转身就离开了。他心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除了婉婉这个角色他输了，还有就是宋燕那疏离冷漠的态度。本以为宋燕以前不爱笑，演技也差，之所以当时会有那真挚的眼神，一定是倾注了感情，以为他喜欢自己。可是现在才知道，不管是真挚的眼神还是笑容，他其实都有，只不过是他只有对着温丽的时候才会出现。此时化妆间，李温丽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宋燕，我觉得唐家人像是来找你的。宋燕听后一下就拧紧了眉头，看着似乎不高兴的样子。温丽顿时紧张了，以为自己玩笑开过了，虽然知道他们没事，但他就是忍不住想说嗨嗨，干嘛呀不说话。温丽努着嘴戳了他两下。宋燕答非所问道，戏服就别脱了，我会跟裘导说的。知道了，温丽开口答应着。他是真没想到宋燕竟然还想着戏服的事。回到家后，温丽就瘫软在了沙发上，但还是不怎么舒服，所以想去把旗袍先脱了。谁知宋燕一下拉住了他，别换，穿着。温丽无语，我穿这么紧很难受的好吧，有本事你把你戏服穿上，看你难受不难受。好，我去。说着宋燕就真的拿他的戏服跑去换了。没多久，一个剑眉星目气质朗朗的男人穿着军装走了出来。宋燕偏头直勾勾的看向温丽，嘴里喊了声他戏里的名字，婉婉。温丽一下双眼放光，来来来，趁着有戏服感觉在，我们去卧室对个戏。戏里的婉婉是苏沪人士，一口好听的吴侬软语，嗓音里像带着钩子，经常弹着琵琶唱艳曲。此时温丽正学着婉婉唱，为了贴近人设，他还找老师专门学过。一曲下来，温丽忽然有些不好意思，我唱的还可以吗？宋燕点点头，可以，听得骨头都要酥了。那就对了，你演的这角色内心是个根正苗红的革命者，是应该受不了这种歌。宋燕往前靠了靠，我是在说我自己。说完就直接对了上去。温丽一下就明白了他话中的含义，缓缓开口道，你穿这么多不热吗？热呀，热你还穿着，那你帮我解开呗。温丽挑眉，我算是明白了，你是想勾引我，你怎么才发现吗？哼，那现在就办了你。男人本来和老婆在家对戏，谁知老婆一首艳曲唱到了男人的心坎里，那吴侬软语就像带着钩子让宋燕躁动不已。将将酿酿两小时后，温丽把这白日荒唐的责任都推到了宋燕身上，埋怨他身为男主角都没好好看剧本。宋燕懒洋洋的蹭了蹭，我好好看了也理解了。那你说说理解了什么？宋燕不紧不慢地说道。他可真能忍。温丽的小拳拳捶了几下，严肃道，不要侮辱角色。宋燕抓着他的拳头十指紧扣，是是是，我之后一定好好带入角色，这还差不多。对了，温丽突然开口道，唐家人以前是不是喜欢你啊？宋燕回忆了下，是吧，好像是被表白过，后来唐家人就出国发展了，也没有联系，时间也很久了。温丽一脸我就知道的模样，难怪呢，怎么了？他先把唐家人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语气傲娇道，我当时就反击了，我说你平时叫我宝贝呢，不过看你们见面时，你把不熟两个字都写在脑门上了，你放心我不会乱吃醋的。随即宋燕挑了挑眉，附在他耳边喊了声宝贝。温丽很受用的勾起嘴角，回应了一个更肉麻的称呼，我的乖宝宝。宋燕瞬间脸红到了耳朵根，温丽哈哈的笑着，算了，我还是叫你宋老师吧，你就叫我。还没等温丽说完，宋燕先喊了声学妹，顿了顿又加上了名字，阿丽学妹，可以可以。温丽点着头，这个称呼我喜欢，那你也叫我，加上我的名字，阿燕学长。温丽别扭的说完后，宋燕没有说话，收起胳膊抱紧了他。温丽突然有点心疼，每每提到过去总能感觉宋燕格外敏感，好像想和自己一起怀念却又不敢让自己知道，想到他因为缺钱就去拍电影就像个小可怜。温丽又多叫了几声阿燕学长，你个小复读机，你不是喜欢吗？我就多叫几遍给你听。第二天网上就爆出了有关冰城选角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出来就一直争吵不休，有站队唐宋 CP 的，有支持真人夫妻 CP 的。温丽的经纪人丹姐对于网上这些争论倒是丝毫不在意，反正过几天就官宣了，而且现在吵吵还有热度，可温丽就没有那么淡定了。这时手机震动了两下，只见周边剧发了一条给主角安上了温宋姓氏的博，这下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出是什么意思。裘导则是一脸嫌弃，老周你都一把年纪了还磕 CP 又不幼稚啊？什么磕 CP， 我就是为了角色名字好听。哎呦，周边剧都下场帮你说话了，看来你是真的很合他心意啊，可别辜负了人家。温丽一脸得意，知道了。谁知网友们没多久又从电影转到了八卦，从宋燕的初恋说到温丽的初恋，温丽那长相肯定早谈过八百个了，还要求宋燕是初恋。温丽看着气到不行，我长得好看就一定要谈八百个吗？长得好看就不能还保存着甜甜的初恋吗？立马用小号回复了起来，说之前的绯闻都是炒作。下一秒一个网友回复，小学鸡粉丝别来对线，只有你们相信你家正主感情专一，这么的好心解释还被对，再多看一分钟费都得气炸。本来温丽之前在意的是唐家人和宋燕的往事，不过宋燕解释过他也没纠结了，现在那些网友害得他又开始胡思乱想，那在唐家人之前呢？于是他给百森打去了电话，百森接通电话吊儿郎当的说道，丫头找哥有啥事啊？你找个安静的地方，我有点私事问你。说吧，除了哥在感情方面的私事，其他随你问，我对你这个骚孔雀的感情没兴趣，我要问的是宋燕的感情史，他有什么好问的？问就是零。呀，他真是弯的，还是零和你吗？靠，你长得这么像零，竟然是一，你想什么呢？零一二三四五的零，还有谁特么长得像零了？我就算弯那也是大猛一。温丽顿时有点尴尬，那他会不会偷偷谈恋爱没让你知道？我们俩除了洗澡上厕所以外都在一起，他谈恋爱能瞒得过我？怎么，要不我给你现编一段出来，编就算了。
我就是看网友猜他的初恋，跟踪猜一下下而已。你是不是闲得慌还听网友猜？你直接问他本人不就行了？我跟他聊过，但每次他说话都跟猜灯谜似的，我听不懂啊。百森嘲笑着，没那个智商还怪人家说话拐弯，不过也不怪你，阿燕就是个闷葫芦，要不是当演员估计声带都已经退化了。就是他高中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超过50句。对啊，就他那样还初恋，他能喜欢上你那都是世界奇迹了。温丽突然自信心膨胀吹了起来。对啊，还好碰上了我，要不然他要打一辈子光棍。此时刚回到家的宋燕就听见温丽此起彼伏的笑声，他径直走去了卧室。温丽整个人趴在床上，两条腿开心的晃晃悠悠。这时还在和百森埋汰宋燕的温丽忽然嗅到了一丝冷意，只见宋燕走过去撑在了他的上方，面无表情的说，你们前未婚夫妻聊得挺开心啊。吃醋了。女人正在跟前未婚夫聊天，却刚好被回家的老公撞见。瞧见女人开心的摇晃着双腿，老公拧眉俯身上前，你们前未婚夫妻聊得挺开心的呀。原来刚刚温丽趁着宋燕不在家，就偷偷和百森打听宋燕从前的白月光，谁料被现场抓包。温丽心虚的没有说话，百森大笑两声调侃起来，阿燕这么晚才回家，把我那如花似玉的妹子扔家里太不像话了。宋燕淡淡开口，我不这么晚回家怎么给你们制造聊天机会？温丽忍不住小声嘟囔，不就聊个天而已吗？是吗？就聊天，那我走，你们继续聊。说完就立马起身。温丽见状急了，一把拉住他，你别走别走。谁知他这一扯，宋燕没有反应过来，砰的一声，俩人唇角结结实实的撞到了一起。温丽下意识的叫了一声，让电话里的百森立刻展开了想象，刚才什么声音？你们在干嘛？我还在呢。温丽的嘴角磕得微微泛红，眼泪都不由得流了出来。俩人现在都没空搭理百森。宋燕心疼的看着老婆的嘴角，可温丽往后缩了缩，猛地从床上跳起跑进了洗手间。宋燕看着她慌张的模样，似乎想到了什么，摸着隐隐刺痛的嘴角闷笑出声。这时一个突兀的声音不合时宜的冒了出来，喂，来个人搭理下我好吗？宋燕拿起手机，以后晚上少打电话过来。我靠，你真吃醋啊。拜托阿燕，她是你老婆也是我发小吧，况且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把她当女的看，我没怀疑你们，我就是小心眼。那你还阴阳怪气的强调前未婚夫妻，再说那丫头又不只有过我一个未婚夫，我听说她六七岁时她姥爷就给她指定了一个，后来不知道怎么掰了，这才换我顶包上，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管她以前几个未婚夫，现在你才是她的唯一。宋燕听完低声的笑了两下，百森这才放下心，总算把你哄好了。对了，你们刚刚怎么了？我听到那丫头喊了一声，没事，不小心跟我磕到嘴了。刚说完宋燕就后悔了。这时百森意味深长的笑了两声，嘿嘿，我记得高中那会你好像也跟一个女生发生过这种意外吧，那嘴巴磕出血，你耳根子却比嘴巴还要红，那几天都魂不守舍的，而且早上你还偷偷洗被子来这儿。我问你那女生是谁，你还跟我装哑巴死活不说，那时候我可难受死了。宋燕就知道他会说这，嘴角抽了抽说，那你现在还难受吗？要不我告诉你。不用了，我现在没兴趣，还有温丽给我打电话是想打听你高中的事，不过你放心，兄弟我最讲义气，这事我可没跟他说，你就把那纯纯的初恋放在心底永远怀念吧。另一边躲进洗手间的温丽正在检查自己的嘴角，忽然想到从前，还记得那时温丽跟同学吵架，让百森不上体育课在教室陪他，一进百森的教室他就哇哇的大哭了起来，开始抱怨起他的朋友，哭到一半忽然开始质问百森，我哭了这么久你都不知道递张纸巾啊。随即座位上的男生慌忙的抽了张纸递过去，舒服多了，还是百森哥你对我好，字还没有说出口，温丽突然愣住了，眼前是一张和百森完全不一样的脸，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沉默的气氛显得格外尴尬。想到刚在不熟的人面前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还凶着让他拿纸巾，他顿时眼睛又尬的开始尿尿。宋燕连忙又抽了张纸巾，轻声安慰着，别哭了。这时下课铃忽然响了，温丽一下慌了，她现在这样子可不能让别人看见，于是宋燕赶紧将她拉到门后面，让她先躲着。温丽无语，这也能躲，我小学都不躲门后了，还有你刚才的事情不许跟别人说。结果宋燕直接堵住了她那个不停巴巴的嘴，弯腰低声说着，学妹安静点，叛逆如温丽，不知怎么的她真的就闭嘴了。谁知下一秒教室的门从外被踢开，宋燕一个踉跄整个人前倾，两个人都反应不及，最后直接撞到了一起。那酸爽让温丽来不及思考别的，她捂着嘴只觉得牙齿都快被撞掉了。宋燕也很疼，摸了摸自己的嘴角已经有了血迹。这时温丽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刚刚我们是接吻了，然后就像如今一样麻溜的跑掉了。温丽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出来帮宋燕敷了敷，还贴心的给她上了药。第二天温丽去了医院看她姥爷，这就不得不说在温家那女孩可是被宠上天的宝，刚进去姥爷就开始撒娇埋怨，我还以为要等我两脚登天的时候才能见到你呢，快过来让我看看，瘦了又瘦了，瘦了上镜好看吗？所以我就说不当明星，瘦成干柴了都。徐世茂那穷酸鬼不但照顾不好我女儿，连我外孙女也照顾不好，他会当爸吗？他温丽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忽然响了，姥爷一脸不满意，去外面接，当个明星电话比你舅的都多。温丽刚关上门，姥爷就开始问舅舅，宋家那小子没陪着我孙女一起来吗？没有，不来也好，想到这孙女婿就替我孙女委屈。这时温丽把头探了进来，舅出来下，我有事跟你商量，快去，你外甥女有话跟你说。原来是人间有你下期拍摄需要去对方高中找回忆，所以需要公开温丽的履历。可以公开，但我们的约定不能变，一旦被人知道了你和星翼集团有关就立刻回家。但这是工作，又不是我私人原因要靠家里，我合同都签了，你的不能公开，那公开宋燕的不就行了？
反正你那时隔三差五的去隔壁找百森，比起你自己的高中那里的回忆应该更多吧。哇，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你舅舅，你要不是我外甥女，我才不管你是死是活。嗨嗨，舅，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嘴毒的毛病最好改改，否则别说现在三十，就是五十你也找不到对象，你的嘴是好得了多少？不照样有傻小子死心塌地送上门？宋燕才不傻，他读书演戏做生意都厉害。你行吗你？好啊，那你的履历就让宋燕想办法去吧，你是不可能找到老婆的。晚上回家，温丽就给编导打去电话，表示他大学之前都是在国外念的，新一期节目就只能去宋燕的高中追忆过去，也许是最近总是在提到过去，所以宋燕初恋的事他总是会想起。当从洗手间出来的宋燕瞧见温丽在发呆，上前环抱住他，今天怎么没玩手机？温丽故意逗他说道，还不是因为和百森哥打电话惹你生气了。我不敢玩了呗。玩吧，我不生气了。温丽有些诧异，宋老师你不是吧？真生气了？虽然我跟百森哥有过婚约，但我们没感情的，就是 24K 纯友谊，这么多年的朋友，你总要允许我跟他偶尔联系吧。宋燕宠溺地揉了揉温丽的脑袋，我跟你开玩笑的，肯定能联系啊。哎呦呦，这么大度，那看来你也没有多喜欢我呢。宋燕一下被弄得哭笑不得。对了，你最近看网上的讨论了吗？关于你初恋的，温丽试探地说着。当然我不是八卦的人，可是我觉得你那时候是真没喜欢的人，如果非要说有喜欢的，那我只能说是百森哥了。宋燕无语，怎么可能是他？温丽心里一紧，那是谁？就连天天跟你在一起的百森都没发现，你还说他？你不也没发现吗？你这个小傻瓜，关我什么事？你那时候对我爱答不理的，我才懒得管你喜欢谁呢。那你跟他谈恋爱了吗？没有，他不知道我喜欢他。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他呀？宋燕自嘲地笑了笑，因为我怕当初在17、8岁的年纪，他鼓起勇气向喜欢的女孩表白，可来的却是另一个男人。别等了，你和我外甥女是有过婚约，可那已经不作数了。我父亲资助你到内地念书，不是为了让你们再续前缘，以你现在的能力给不了我们要求给他的条件，好好读书吧。我父亲对你的资助直到你大学毕业，威严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不想再记起，却又不断地记起，最后的勇气，仅剩的清高和自尊，在那一瞬间都被扑灭了。那些难以启齿的少年心事他不想再提起，毕竟也不是什么美好回忆。温丽不明所以地问着，所以你当时在怕什么呀？宋燕一把搂住了他，没有说话。他喜欢的女孩又没有错，只是当时他还不喜欢自己而已，只要结局是好的，他如今得偿所愿就够了。温丽也看出了宋燕的情绪变化，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那女孩揪出来，好好教训她。为什么让你到现在都还会难过？她表白了，她哭了。俩人在璀璨的烟火下相拥了。人间有你第八期录制，四对嘉宾回访母校，其中严丽夫妇去了宋燕的母校英德国际。现在正是暑假，学校除了部分艺术类兴趣班的学生留校，其余的同学都回了家。开场之后，温丽就接到了任务卡，及其钥匙开启宋燕的回忆宝箱。温丽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宋燕，宋燕耸耸肩，节目组可要求了我不能说。温丽心一紧，不会是他初恋的秘密吧？但转念一想，节目组又不是傻波，怎么可能整个初恋回忆录？他刚翻开第一个提示，人间烟火，围观的同学立马就抢答，是烟花广场，我们学校的表白圣地。俩人来到广场旁边的小卖部，宋燕看着柜台上的表白蜡烛，顿时就回忆起了曾经，那天他去民风的舞蹈教室给徐丽补课，温丽在旁边练习舞蹈，中途徐丽去了洗手间，而闲下来偷看的宋燕刚好被转身的温丽发现，他脸通红的立马撇过头。温丽不明所以的上前询问，阿燕学长，我刚才是哪里跳的不好吗？宋燕紧张的低着头结结巴巴道，跳的挺好，那你怎么一脸嫌弃的样子，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宋燕心扑通扑通的跳，因为话还没说完，突然门被拧开，他飞速的拿了件衣服披在了温丽的身上。温丽皱起眉，你干什么？学妹，你衣服后面坏了。温丽摸了摸自己的背后，还真开了一条口子。徐丽进来瞧见就劈头盖脸的喊道，我就去个厕所，你就来骚扰阿燕哥，你赶紧跳你的舞去，我要跟阿燕哥学习了。我不跳了，我去换衣服。臭狗屎弟弟，你帮我拿书包去。徐丽骂骂咧咧的过去拿书包，这时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我来吧。宋燕笑嘻嘻拿过书包，还偷摸的塞了封情书到里面。晚上他就满怀期待的在广场上准备着，期待他能像小说里一样在烛光中向他奔来，可结果他没来。这时温丽从老板那拿到了钥匙，老板嘴里还叨叨了起来，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我这了，我在这里见证了好多学生表白的场景，还有些被老师抓个正着的，这么倒霉啊，还有些更倒霉的是被家长抓到的呢，那才是惨。温丽一脸不可思议，在学校表白怎么会被家长抓到啊？女生没来，回头跟家长告状了呗，我记得那男生长得挺好看的。宋燕的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她立马拉起了温丽的手，扭头就往外走。你怎么了？是累了吗？有一点，所以想快点拍完。对了，温丽假装不经意地说着，你念书的时候来过这里吗？来过。还没等温丽继续开口，宋燕立马就往下一个任务的走去。见状温丽也没有多问，几个任务之后，最后一个地方是教务楼，宋燕的班主任说道，宋燕这孩子呀什么都好，就是不太爱说话，没成想他还当了演员。温丽拿着宝箱里的毕业照，一边端详一边听着班主任说话，直到这一段录制结束，宋燕去看望其他老师，温丽留下独自补妆。这时班主任跑了过来，宋太太，我想和你单独聊聊。温丽，我记得你是百森的朋友吧？温丽吓了一跳，老师你还记得我呀？当然记得，放心，宋燕来之前给我打了电话，我知道你的事要保密，我叫你过来是让你替我还给宋燕一样东西的，这些也算他的秘密，给别人我不放心，刚才有镜头也不好给他，
这是高三时我从他那缴来的。老师把杂志递了过去，温丽看着封面愣住了，这不是他之前背着家里去拍的言情小说杂志封面吗？宋燕他以前还喜欢看这样。温丽怀着复杂的心情翻开杂志，映入眼帘的竟然全是他的名字，再往后翻还有宋燕标注的话。我站在广场上，将点燃的蜡烛围成心的形状，对喜欢的女孩说我喜欢你。她笑着冲我跑过来，扑进我的怀里，那一刻真好，我喜欢的女孩是那么好。后面却紧跟着她没来三个大字，看着被捏皱又抚平的纸，她能想象到当时她的难过、失望和生气。原来温丽就是宋燕一整个青春的秘密，这段青涩的青春太丢脸，难怪她释怀不了，更不愿意说。温丽握着杂志的手在颤抖，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班主任知道她懂了，你们现在都结婚了，我拿给你看，宋燕应该也不会怪我的。温丽哭着哭着又没心没肺的笑了，嘿嘿，她的初恋就是我，只不过我太蠢了，不好意思啊老师，我们演员情绪都比较饱满。温丽收拾了一下心情开口道，刚刚您说这是从宋燕那里缴来的，那她上课会偷偷看吗？我的课倒是没有发现，她算听话的，不过有一次她上课对着窗外看了好久，也不知道看谁。窗外来人，温丽一下就想到了十年前，宋燕和百森正在按老师要求拼桌进行讨论，其中一个男生突然拍了拍百森，你看楼下那个是你未婚妻吧？百森没好气的对道，温丽，发小，青梅竹马，你叫哪个不好，就特么认识未婚妻三个字啊？你这丫头又逃课，小心我跟你舅舅告状。告什么状？你先看看手机消息。百森拿起手机扫了一眼，随后推了推宋燕，咱俩换个位置吧，你坐窗户边上去。温丽那天不是跟朋友吵架逃课找我吗？你不是替我回教室等他过来，还记得吧？他跟别人又和好了，现在带朋友来看帅哥。宋燕眼皮颤了颤，我记得呀，现在是来看你了，不是看我。他带人看你的，去露个帅脸给人家看一眼。宋燕被百森推到窗户边坐下后向外看去，温丽瞧见他愣了几秒，然后有点尴尬低下头，不自在的摸了摸鼻子，嗨嗨，转头看向朋友，那个我没骗你吧，是不是比百森还帅？见到朋友一脸花痴样，他满意的朝宋燕挥了挥手，谢了学长。结果宋燕刷的一下撇过了头，躲开了他的视线。温丽有些失望的鼓了鼓嘴，心想是不是自己突然过来惹他生气了，那我走。随后就没心没肺的挽着朋友一起离开了。看着他们的背影，宋燕又有点生气，就这样走了，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靠近，突然闯进人心里，真过分，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好看的。他一直看着发呆，我叫了半天他才回神。温丽作为当年窗外风景的本景，尴尬的点着头，把宋燕这段难以启齿的暗恋心事交给了被暗恋的当事人后，班主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可温丽却为难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如果突然跟他说我知道了你的小秘密啊，怎么感觉有点耀武扬威？不行不行，就算我是他心事里的女主角，也得保护好他18岁时最隐秘的情愫。姐，你干嘛呢？摄制组来催了。温丽手忙脚乱的把杂志塞给了助理，你把这些藏好，别让宋老师发现了。晚上录制结束，他们回到安排好的酒店。温丽下车后，小助理大声问道，姐，你上午给我的杂志还给你拿。小助理还没说完就被温丽一把捂住了嘴，那个宋老师你先上去吧，我和文文说点私事。怎么了姐？又不是色情杂志，你不懂，男孩子的心也很脆弱，直接戳破会伤害到他的。小助理一脸茫然，我还是不懂。你不用懂，你先把行李拿上去，我去一下梓潼的房间，杂志给我藏好了。随后小助理把温丽的行李送了上去，交代了一下他的去向，刚转身离开就被宋燕叫住，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杂志啊？其他男艺人的？不是，绝对不是，就是姐自己的。宋老师我还得还房贷，别的我真不能说了。宋燕顿时想到了什么，那时候他知道温丽开始拍杂志封面后，只要出了新的他就会跑去买一本，有一次还差点被百森发现。晚上睡下后他开始复盘，听工作人员说今天温丽被班主任留下聊天了，那杂志估计就是，而且他还给他舅舅打了电话，藏了那么久的秘密还是被你发现了，是不是给你造成了负担？你印象中冷漠疏离的学长，其实背地里收集了你做封面模特的青春杂志，明知道你是朋友的未婚妻，却还是喜欢上了你，这样的我很恶心吧。第二天录制继续，温丽拜托导演别让宋燕去烟花广场，他想给他个惊喜。导演听后比温丽还亢奋，各位工作人员注意了，在温老师惊喜准备好以前，不能让宋老师出现在烟花广场。收到收到，保证完成任务。各部门注意了，宋老师的行动路线可能会经过烟花广场，如果遇到请注意拦截。眼看快到烟花广场了，宋燕自己却主动提出去别的地方，跟拍小哥一脸惶恐，是不是有人泄密了？宋老师怎么突然改变路线了？而另一边的温丽正在自己摆着蜡烛，助理本来要上去帮忙，但是被温丽拒绝了。他想着宋燕当时也是一个人做好这些，他也要自己来，我摆摆摆，我点点点，烟花也就问，噔噔噔噔，大功告成。等等，东西都准备好了，但自己应该还要说点什么才行。文文，你去把车里82年的饮料拿来。哈，姐，录节目呢，这么嚣张，壮胆。过了一会他就开始蹲蹲蹲了起来，喝完还嘶哈嘶哈的，随后长舒了一口气，满意的勾起了笑，现在万事俱备了。另一边跟拍小哥立马就跟宋燕说要去烟花广场和温丽会合，宋燕脸色立马沉了下来，他还是太在意那个地方了。走到广场外，远远就看见了聚集的人群，走近一看，他狠狠愣住。温丽穿着民风的校服，跟十年前记忆里的杏黄色一样，扎着当年最常扎的丸子头，还是那副利落可爱的样子。温丽抬起下巴笑盈盈的看着他，即使什么都不用说，宋燕此刻也懂了。他将手别在身后，有些扭捏的晃了晃脑袋，吞吞吐吐半天，心想着早知道再多喝点了。那个，这些蜡烛一个人摆了好久，送给你。那什么，我还准备了烟花。说完就蹲下去点，点完就仰头去看宋燕，观察他的反应，是高兴还是生气。他自作主张的行为是让他释怀了还是觉得冒犯了？
可下一秒，宋燕的泪水就溢出了眼眶，她一把拉起了温丽，俩人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同时烟花绽放。